我们稍微离得远一点，好吧，可以吧，三哥可以吧？可以可以可以。啊，你先分享给我，我先帮你分享一下。然后呢，我们等一下，我等一下这个镜头拆，这镜头有点脏，好像。好了，可以。这里一开就有人了，就没人嘛？哎，挂了。啊，主要是侬还没开始，我来陪。侬先分享吧，我。侬先来分享。啊，没有呢，这不是去。哦，一下子，哦，伊是一个。一片片的。对对对。一片片。啊，侬，那么侬先讲，还是哪能？我先。啊，侬先。啊，红色信仰群，我先。我现在发现一个新功能啊！可以多选，啪啪啪，一下子一道。哎，什么？啊，刚刚只是一个高我，张宝在高我，你挂东西。南京的上港球迷，啊，南京的上港球迷，今天我们这里苏宁球迷跟我们在一起啊，就在旁边啊。等一下，我们让苏宁球迷一起过来，聊一聊，聊一聊，让他们分析一下今天的比赛，对吧？我觉得也蛮好，大家交流交流。对吧，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嗯，因为他们从客队的角度看我们，对对对，我们从主队角度看他们，嗯，对吧，嗯，对，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交流，嗯，也是一种交流。亚冠要尽快放弃，这谁说的，这谁说的哦，现在要开始要放弃亚冠了。 我支持的啊，翔哥肯定不支持的，我是支持的啊，这句话是吧，那么我们 一门心思轮休就是为了亚冠，结果还要放弃，打了一轮就放弃，这个也太都马上要休息了，你还拼不拼一把？反正无所谓了，如果休息两个礼拜，才第四轮就打成这个样子了，你还要打，还要三线，真的。哎，你分享好了吗？朋友圈分享吗？我再来分享一下啊，大家等一下啊，大家一起分享，不是让大家一起帮你分享一下，分享到微信啊、微博啊、朋友圈、朋友圈啊群里面，你们所在的各个。上港群里面，啊，帮忙分享一下，帮忙分享，哎，对对对，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对对 对, 对对对，我们今天还请了苏宁球迷一起来，啊，一起来一起来，他们就在边上啊，有一个也是我苏宁球迷的，刚才那个，他叫什么，我还叫不出他名字，等一下问一下，怎么了，他也是你。啊，有微信号，忠实粉丝，范范啊，这是他们那个球迷会的。他说昨天晚上还在球迷会的领导，球迷会的领导，还在回看我的直播啊。我们叫你现在三哥，我们这个节目啊，已经覆盖长三角了。覆盖长三角。你看，申花球迷也看啊，申花球迷啊，上港球迷肯定看，申花球迷也看，江苏球迷也看，那么浙江球迷也看，嗯，对吧？我们已经基本上覆盖长三角了，对吧？下一步的目标是要覆盖珠三角。哈哈哈。奥罗拉斯这个比较悲观的啊，我喜欢啊，悲观的我都喜欢的啊。哎，不对啊，三哥啊，你上次给我们的预测好像又没预测准啊。什么啊？你上次这场很困难啊，估计不困难吗？不困难吗？你这个话别人一听也是谁是懂的，我是吧？你故意讲啊？阿拉是就讲，对吧？哎，那个今朝今天啊，金看台对吧？你照顾好，照顾了。对我来说，今天是第一个主场。为什么？因为我亚冠没回来啊。哦，亚冠你是在南京退游啊？今天金看台大家都来问我了啊，你来了啊？然后我那个叫什么？卡水在不在？啊对，我就卡水就问我了，他说三哥这场怎么样？我就当时就讲，没有，我说没问题。哎呦，没问题。你临场又改变了？我没有改变呀，很困难。啊，但是没问题，有对吧？对吧？没，我们从啊场上的结果来看，难道就是这六个字吗？对，结果好像过程蛮困难的啊，结果没什么问题嘛，啊，但是你这句话啊，就是很困难，没问题，三个字，好像我们上港队前四场比赛都可以用这六个字，很困难，没问题。第一场打北京国安也是很困难。没问题。第二次要打申花了，浩克又不上，吴磊又走了，也是很困难。又而且我们那个后卫受伤了，对吧？又是很困难，没问题。第三场打韩国，打小日本，差点，对吧？上半场差点被人家弄进，也是很困难。最后，这个球怎么说呢？傅欢是没有踢到球，一个没有踢到球打在人家手上。我实事求是吧？这个呢今天也是。这个呢，不能单凭运气，不是单单是一个运气的问题。我觉得呢，更重要的呢是什么呢？是我们这个球队呢越来越成熟啊。哦。
啊，然后呢靠自己的一些经验。三哥稍微等一等好吧，我们那个等那个人气啊稍微上来一点，我呢要去解个手。好好好吧，你这样，我临解手之前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大家帮忙分享一下，我们争取热度到2000。好的，好吧，到2000，那么现在1300，大家分享到那个微博，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啊，我刚刚知道我们这个节目在微博上也有账号。你要解手，你还能说这么多话吗？来来，我先憋一下，憋几秒钟啊。那个第二呢，就是说那个微信的朋友圈，帮忙转一下。第三呢，你这个微信的这个群里面，帮我们转一下，好吧？啊，我去方便了啊，大家帮忙转，等我回来争取到2000，好吧？啊。啊，没什么问题啊。有些现在这么自信，因为我们有些球迷在路上。哦，啊、今天直播开大就走，你先去吧啊，你先去吧啊。今天呢，对我来说呢，其实呢，我跟大家说心里话，那输输赢赢啊，我也看得很淡，真的看得很淡，因为我们球队这个新赛季的前面的那几场啊，已经表现够好了，对不对？我们也要摆正心态，要降低期待。从前面的那几场比赛呢，我个人感觉啊，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的，对吧？可以的，差不多。哎呀，我这不要求太高，对吧？能混就混的，中国足球主要靠混的。但是呢，我呢，其实呢，第一个主场呢，我作为我来说呢，更重要的呢是跟那些啊已经几个月没见的女球迷啊，跟他们一个个握握手，对吧？抱一下。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我们，对吧？我们上港的女球迷也是啊，也是我们这个球队，对吧？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对不对？啊，会来的，南京肯定会来。南京也不是来不来的问题，南京怎么说呢？南京本来就今年就一直在南京嘛，对不对？我今年是一直在南京。人品用的差不多了，这个话我也同意的啊。啊，那今天我们的这个直播封面呢，就是我们这个 Yuki 啊，这个我一直叫伊老早没认得伊前头，我叫伊嘎亮妹妹啊，他上镜率非常高啊，经常在主场的比赛里啊能够拍。好，我来了。哎呦，三哥，我跟你讲，我呢，我有个习惯的，就是一般性比赛辰光呢是不接手，要屏牢。为啥呢？一口气啊，要屏牢。如果擦死呢，搿就要死脱。所以我一般性上厕所侪是比赛前头先上好。那么要屏了，一直屏到比赛结束。要吃饭了，要做节目了，那么去上厕所。另外呢，比赛辰光呢，今朝呢太紧张。侬几点钟开始病啊？就是应该是，哎呦，搿蛮长辰光了，搿应该是让想看。应该是下半天2-3点钟。小中饭有，就没上过。根本好，翔哥是为了球队啊，就是已经是把自己的身体健康都太激动了啊！我今天晚上来发票子还没忙啊。大家如果能体恤翔哥的话呢，就是说可以下次在八万人碰到翔哥的时候呢，送他点这个前列康啊。哎呦，干不了，行了。老是冰在的，实在是冰在的。不是香，是没感觉啊，没感觉。如果有感觉，那硬冰不来塞，硬掉冰瓦头，是吧？另外呢，我帮侬讲只小故事。哎，再过侬看看，叫我去今朝搿条裤子。来，污迹斑斑。那刚好出来。搿条裤子我帮侬讲，就是从苏州，引号球以后，球没掉过。哎呦，搿没必要，搿证据还是需要。侬听我讲，我来乘地铁，没得把申花球迷拍下来，我勿乘地铁，农民工程。我勿乘地铁啊，我勿乘地铁的。我帮富贵一样勿乘地铁。跑到我，伊拉生活准备不是拍了两个，这是高头那。侬听我讲，伊拉那我上次也听我讲了，侬地铁上听。伊拉生活准备呢，有几个生活准备呢，拿自家拿头像呢做成功，伊拉在地铁高头拍了一个只上港啊，阿拉只个冠军赛的一个人，但是呢，伊呢是腿高头对吧？才是哪尼？哦，摆了脚高头呢，摆了把冲击锥。
就是、刚刚就讲张学峰往事，你看看啊，上海这边就那样啊，外地人啊，搿个记者。我跟侬讲，我张旺队，我跟侬讲，我一般性十七岁出去上海队一个叫棉衣，就是教练组合搿棉衣。不是，我是想讲啥？我觉着对伐？啊，还要整洁。不是，我觉着搿个伊拉搿个三观是有问题的，晓得伐？哦。就搿能介张照片就可以看到，勿管搿是不是真的上海球迷，但至少搿能介一个人。是一个辛勤的劳动者，凭双手赚钞票，凭自己的双手，凭自己的双手才少少啊，对不对？夜到头靠自己的劳动，勤、啊、劳的双手，对不对？不偷不抢啊，对吧？加辛苦，对吧？一家头坐了地铁高头，这张照片已经困着了，那手擦，搿老辛苦，搿老辛苦。搿有啥铁招式呢？我就不晓得。劳动者最光荣啊，对吧？劳动是最光荣。伊拉不讲讲那个，伊拉讲说枪条，对吧？啊，要枪条，枪啊，穷人啊，就是伊拉不有穷人，再挨个老方有枪调嘛，就吸毒朋友啊，搿吸毒朋友，吸毒没有钞票，对不啦？啊，吸毒钞票，青家浪菜有钞票，啊，有钞票，老方有枪调，啊，对，我要讲呢，我要讲啥呢？就讲我这条裤子为啥不掉？就是因为要包，赢了我就不掉，再赢再赢。我搿条裤子一直要穿到啥嘛？穿到蔚山，懂吗？搿是玄学，因为阿拉现在上港队踢球了，就靠玄学，已经没办法了。搿倒是，最后我懂。这个呀，阿拉上港队现在踢球，一个运道，两个玄学。那搿侬总结还是需要，侬我真的好啊，才能。我讲今朝我来啊，我帮侬讲，战队比赛嘛。我搿条裤子今朝来啊，雨丝淋了烫烫的啊。侬搿你敢晓得侬雨丝啊？啊！不，人家不晓得，人家生活球迷看刚才那个，比刚刚厕所里录过的，录好子出来了嘛？生活球迷挡不住我啊！是，我不撑，不是我不撑地铁的。上海站都不挤地铁。不撑地铁啊！所以要搿就是讲，现在上港头要靠玄学，要靠玄学。今朝搿场比赛，哎呦，要现在到2:40了，可以了，阿拉可以正式开始的，是吧？今朝搿场比赛，我觉着，我个人啊，我瞧别个观点，等一下侬们的，我觉着阿拉上港头今朝。三个字，拿搿场比赛拿下来，阿里三个字抢开局。上半场三分钟抢个开局，下半场三分钟抢个开局，好，搿场比赛基本上搞定，对吧？因为侬三十球侬如果要再翻回来，我要人家已经死着了，对吧？搿难度太大了，阿拉而且是当三中卫，我看交关球就是硬碰硬比人家多一个人后卫，两个拨脱，就是讲两个帮对方去拼脱。第三个人那个就开了包，我就第一个观点，今天赢在抢开局，佩雷拉又搞了一个叫像德国人一样的闪击战、闪电战、突袭波澜，对吧？阿拉就是今朝是啪啪啪，上不了，开始五不要开始，搞定了。抢开局本身就是一个战术，对吧？因为啊，考虑到因为周三我们有一场这个亚冠。已经消耗了很大的体能，对，只休息了72小时，我们又打这场比赛，而且我们又是损失了三个后卫，啊，还少了一个吴磊，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面，能抢一个先抢，啊，我是认为佩雷拉今天是个战术，又是成功的运用了一个闪击战的一个战术，啊，我就先记干个掉，侬来带带，我来帮侬递钱，好啊，哎，侬带，来，这个到今天是第四场了，新赛季对不对？第四场了啊，第四场。然后呢，我们呢，就是说，也是可以说是，虽然每一场啊，都好像觉得都是好像有点担心，但是呢，却也是非常顺顺利利的都拿下来了。对对对，一直到今天这一场，今天这一场总体来说还顺利的，毕竟是三球领先的球，对不对？对对，这种球在主场三球领先，对方在翻盘。那他主要是给了老小，这个就气质有问题了。你这个球队今天的盘口是多少？啊、气质今天的盘口就是半一升了，升了半一是吧？啊，就升上去。那么跟盘口差不多，也是半一球，赢多了也不对了，是吧？也不是这么说，赢多了就不对了。我就是说，我呢觉得呢，就是说，当然我对这场球呢，我赛前呢，我也是蛮有信心的，对吧？哎。我会说很困难，但是私下问我的时候呢，也是，我还是基本上是肯定的，因为什么呢？第一个呢就是气势正盛，对吧？第二个呢连胜啊，第二个呢80000人主场光环，对吧？我们80000人主场光环就是有球迷的，今天的也要干个助威了，今朝啊啊，等下讲啊，等下讲，一插就插雨了，哎，好，等下这个话题也比较大，80000人光环，哎呢，哎。就是那么然后呢，就是说呢，作为苏宁来说呢，他基本上在，所以呢，看到上港呢这几年呢，也是啊，
这当然前几天好像胜少负多啊，就赢了一场，平了两场，赢了一场是无关紧要的，我们是没有认真记的一场比赛啊。对呀、啊、对呀、啊啊，然后这多数是输，就是在我们主场那天，一七年最后一场比赛、嗯、赢我们的、嗯，对吧？那已经是无关紧要了。嗯。但是呢，我觉得呢，就像我今天起的这个标题啊、哦，这个叫疲态略显。嗯，对呀、啊。虽然还有最后一场啊，我们可以先点一下调料，你什么调料？调料啊、嗯，麻辣酱、沙茶酱，辣的不辣的，就麻辣酱啊，麻辣酱，麻辣酱啊，好，来个花生糊。虽然说还有一场啊，我相信大家都会说的，最后一场顶住啊，再坚持一下。就是下个礼拜三，啊、然后在蔚山，然后会迎来这个间歇期，休息期，对吧？这个休息期对我们是很重要的。但是呢，三哥要说的是，从今天的这个场面来看呢，我觉得呢，已经到极限了，已经差不多要到顶了。到顶。啊、哦，蔚山这一场不好打，不好打了，嗯，不好打。希望能够保平吧。嗯，又是客场，对吧？这回是真心话，这回前四场你预测的都是有点保留的。保留就是说，主要呢就是说想降低一下大家的气氛。预期这一次呢不降低了，真的、啊、是真的遇到了，这个状态啊已经到顶了，其实是正儿八经了啊，其实啊也不攒人品也不怎么样，就是说实事求是说、嗯，这个真不行了，真不行了。哎呦，这个好像蛮严峻的，我的感觉。去年是也是开局很好，然后六连胜啊，一鼓作气六连胜，对不对？然后到第七场。顶不住了。那么今六连胜，然后第七场也可以。第七场是主场对天津，是由于杜家的一个说提网友手，我称的啊，不讲了。这个就是由于杜家的一个难以想象的一个超水平发挥，然后天津泰达主场逼平了我们。第七场也还可以，但到第八场不行，对吧？今年才四场，已经啊。这个看来这个第五场，嗯，这个不好过，因为我看今天浩克都是今年很明显的，我已经再三说了，对吧？冬训质量是存在很大的问题，嗯，我时间太短，我不怪俱乐部，因为什么呢？刚拿了冠军，对不对？然后大家又比较开心，对吧？俱乐部给球员们放假，对吧？侬刚才都拿单位里向么讲了半天，第一年做嘞，业绩老好嘛，老板也会得，对吧？把侬冬眠假期，对对对，让他出国旅游一趟，对。这个呢，而且是不是光今年了、嗯，就是每一年上港队基本上都是休息很少，因为每一年都要打亚冠的附加赛，对，等于每年也是很短的假期，所以这次呢拿了冠军又稍微给他放了长假，对对对，挺有可能啊。那希望呢，就是说，对于下周的这个亚冠呢，我只能说呢，希望呢大家呢能够向吴磊学习。向吴磊学习，对，因为吴磊没有休息过到现在，而且受伤啊，对啊，吴磊可真没有休息过。昨天哦，一直提到。等一下，我们请三哥分享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啊。对对。吴磊应该说60分钟表现相当出色，还助攻一球。对。啊，等一下我们请三哥来分析啊，一个来。这个，等一下。就是要向吴磊学习。我们今天重点还是说上港。哎，学习他这种什么精神啊？就是，就是坚持到底的精神啊，他对吧？当然了，而且我发觉呢，就是说吴磊呢，他虽然是很累，但是他很快乐，他现在很开心啊，很开心呢啊，很开心。我呢希望呢，我们上港球员呢也开心一点。上次有张照片啊，就是我们在踢亚冠，阿哈进那个进球了，那个浩克进球了，那个吴磊还在那里，那对，看电视，很享受，他好像很 enjoy 是吧？很享受这个足球给他来的这种。快乐啊！我回答你一下啊，是在跟这个苏宁球迷聚餐，就在旁边，因为我们俩要直播，我们跑到外面这间房间来的，他们都在里面，现在很热闹。嗯，是苏宁球迷聚餐。我们等一下，等我们聊差不多了，我们请苏宁球迷出来啊，也一起跟大家聊聊啊。对，对的，好吧、啊，可以。因为江苏球迷今天也在看我们的直播，对，江苏球迷，很多江苏球迷也在看。苏宁的球迷是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跟我们对对对是真的是非常好的。对。那苏宁这支球队啊，说句老实话，我觉得呢也是还是蛮友善的，
还是蛮友善。当然大家会说到今天好像动作也不是那种想象的那个那么大 啊，大家其实这场球是非常友好的，这场球更有点像训练赛 啊，其实上港踢的不好，苏宁踢的也不好，对，都不是两个队的一个巅峰水平，知道吧？对对对，上港我说了嘛，上港踢的好的就几分钟啊，就那么灵光乍现，哇，很美，三分钟抢两球，然后呢，说了半场攻防练防守，然后就给他们攻了，上半场人家没攻进，然后偏偏呢，不是偏偏苏宁这个球队呢，你把球权交给他呢，一踢不累了。好，等下他们球迷来，我也说这句话。好，他一控球，上半场后面五分钟开始控球权全部让出来了，就给你控了。就上港不控了，围攻了，反正好球就说了，对吧？你踢不来，苏宁踢不来，搁个控球。他要后场给特谢拉这个空间，你看他踢了两个球，都是偷的。对对对，他要缩在后面，他要缩在后面。你要守，晓得吧？对，你们上港的呢，侬要守，我不能守，我就不能了。我守，侬守我守，你们踢不来了，搿还是有劲。搿所以搿两支队侪有问题，侪有问题，侪有问题。今朝搿两支队表现真的不好，搿场这场球是。友谊赛是啊，这个训练赛比起之前的三场球，这场球的水准是比较低的。对双方来说，对不对？就上港队其实踢得好的就那么几分钟，上港队但是就给他抓住了。上港队呢，今天呢是想偷懒，哦，他想留力压关，他想用最小的代价。哦，所以下半场松了，就下半场松呢，这个呢，我是说上半场也想上半场进了两个球就缩回来了，就不攻了啊，不攻了，打防反了。那很明显的嘛，也就是说他认为上港认为我两个球在手应该没什么问题，而且下半场又进了一个，他更不要积极进攻了，对，三个了，问题就在这里，对吧？3-0以后上港开始崩溃了，出问题了，这个就是松了不是体力上的松，是这个是脑袋瓜的松，精神上的这个紧张的松，这就是我为什么说，我说，啊，从2月23号，我说，崩到现在，疲态略显。今天我是看出来了。怎么模糊？还有点不聚焦，等一下，没事没事，稍微动一下。等一下，这个还是有点。好了。等一下，我用那个湿纸巾可以擦一下，那个因为有点。没事，你说啊，对对，尤文连冠，你说很多1-0是没有错，但是可是问题。等一下，我插一下镜头，等一下我插一下镜头，这个拿过去啊。好，现在干净了，干净啊，那现在清楚了。对啊，这样好，省得人家说我们。今天呢，我要时刻关注什么呢？三哥，这个手机的温度。要抹一抹，躺了。那天是，哦，这个温度上去了。那天肯定是后台有一个程序没关掉，啊，在那里关。但是上次很厉害的，我那个冻豆腐啪一上去，马上温度下来，对吧？好，三哥继续说，佩雷拉的这个对，没错，佩雷拉是不同的球队、不同的对手、不同的战术。四场球都不一样，战术都有点不同，然后呢阵容呢也不一样，那当然这个阵容又不一样是被逼的，受伤有关系，被逼的。今天好像赵一踢不上去，一下子来个高光表现啊，也还可以吧，就是那就前三分钟一下子还是左路，好像上港队打这个三中卫你发现啊，都是左路突破，王申超的左路突破，对吧？包括那个张卫的左路，都左路后卫进球。我们左路比在王申超不打右后卫的情况下，我们基本上是左路比右路犀利。如果王申超在右边的话，要好很多。也不能小看王四。对对对，王四的攻击属性还是比较厉害。对。那今天的这个球员，哎，不要，我继续是刚才的话题。哎，就是说这个。这种精神的疲惫啊，看到这个，等一下就温度要升高了啊！对对对，隔开一点，不要紧，隔开。说这个精神的疲惫啊，要比体力的疲惫要来的要命。就是说，真正的觉得顶不住了，就是今天的下半场。这个今天的下半场啊，在之前的场比赛没有过。
金生花是也是一样的，对吧？都四比零了，照样是专注力很高的，就对，尤其是防守上。今天这个苏宁这两个球，完全是思想已经松得一塌糊涂了。对的，对吧？没有，是不是认为三比零就稳了，或者说是三比零就是要流利亚冠了？也不是，真正是吃不消了。真的是吃不消的，因为什么呢？你前面的训练强度嘛也不够，对不对？你很明显的，为什么大家说，为什么告诉大家啊？就是说三个人告诉你这个道理，为什么说冬训的质量不好？你很明显，我们受伤的这些人是什么队员呢？全是防守队员，后卫啊，包括今天蔡慧康，对吧？王胜超，蔡慧康今天好像也拉了一下、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后卫？反而会受伤的概率大呢？到底是前锋对吧？在前面嘟嘟嘟容易转，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后卫啊，他整场比赛啊，他动的少，啊，他整场比赛的活动啊很少，就包括严俊林今天一直在后面跳啊跳啊跳，冷死他了了，冷了，今早是没冷啊，上半场严俊林又没什么事的了，今天雨停了以后是很冷的，又没什么事的了，然后他不动。不动的时候呢，当突然有一个球，他要用激烈的奔跑去抢。你们可以停的时候停一下，对吧？不能停的时候我就先。啊，没事，我们让蓉蓉来说两句。啊，他要说几句啊？等一下，那我等一下，让他说完。啊，说完，嗯，就是，在后卫，包括今天蔡慧康，很明显，他去到门柱旁边去够这个球，啊，拉伤了。哦，对吧？就是时刻的拉伤更诡异了，他这个奔跑速度并非很快。然后也拉伤了，嗯，这就说明什么？说明就是说，你在前面的训练的强度是不够的。对，如果说前面三天天天踢踢十几公里，你了训了三天，对吧？连续训练三天，对吧？每天是满负荷训练的话，那不可能受伤，没有受伤的可能的。而且热身赛也打得不够多，我觉得啊，就强度也不够大，强度不大啊，强度不够啊，嗯，所以这还是有点问题啊。我希望通过这个两周的这个休赛啊，能够让邱友谊缓口气吧，嗯，然后重新投入这个联赛亚冠，否则的话，我觉得这些球员啊，真的要累死。打断一下，四弟来了对吧？来了，四弟来了，这么快就来，你没有送马丽回去吗？我估计没送马丽，马丽要他送，马丽不要他送的啊！扯淡，为什么？马丽好，来，我们先说马丽的。来，你坐好。没有，首先我跟你们说，其他的一些情况我是不会说的。我在这里只想说一句，我是小哥旗下雪狼战队的队长，然后群里的 Yuki 是我的 ，Jennifer 是我的，今天拿场的小哥哥也是我的。你们这个五组配，有都来抢。啊，今天那个就是荣誉时刻，那个球迷也是你们战队，球小俊，我们叫他小球哥，颜值很可以的，啊，因为球小俊，对，今天三哥看到了那个开场秀，你进来晚了，告诉你。顺便分享一下，这个是刚才和苏宁球迷范范聊天时候说的一个问题，就是。苏宁原不要出镜啊！你说，就是苏宁原来的那个体能教练是卡佩罗带来的啊，然后今年这个卡佩罗带来的体能教练被猴子挖走了啊，卡佩罗的教练被猴子挖走了，对，体能教练，所以今年我们可以留一下很大的体能，好像说今年我们体能教练也换了啊，对，也换了一个，对，所以跟体能教练有一定的关系。有一定的关系，就是如果说，因为可能我这么说，群里有些人应该是能猜出我是谁，因为其实我看的体育比较杂，像可能看的话，篮球、橄榄球、棒球，我都有看，对，像他们那些的话，他的体能教练也是说，包括各校长也是做的会很专业，或者说很怎么样，他也会针对来说，像如果说大家篮球看的话，应该是知道有一些球队说我针对说我这个球员，我这个位置需要什么样的技战术，那么我身体的一个肌肉情况是需要一个就是需要一个怎样的一个肌肉量，然后他会有一个针对性的锻炼，然后来培养。当然很多这些球员他是自己去请体能教练的，所以就是我们可以记得是在大家看那个客观的一个，就是说专访中他有说他也想请自己的体能教练，像张琳芃一样啊，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而且其实现在说数据分析的话，
我不知道上岗这个情况做的怎么样啊。贴吧的话应该是做的最多的应该是那个我报一个贴吧 ID， 我想可能群里有人应该去啊。什么贴吧 ID 啊？一帆风顺 SH。 好，一帆风顺，老球迷了。老球迷，他现在中甲时代就开始关注了。对，他现在应该是不太在贴吧，就是忙了就不太在贴吧那个写写分析帖了。对，但是这个话其实大数据分析不是有张宝仔吗？啊，张宝仔也是。啊，张宝仔现在数据很多。来，小刘给大家打个招呼，来到后面。刘警官好。啊，今天小刘也上大屏幕了啊！他现在说他你像蔡慧康是吧？啊，那个他给我的定位是像蔡慧康的男人，像蔡慧康一样的养虎鱼。我之前是国际球迷很多年，啊，像蔡慧康一样的国际，不，像蔡慧康一样的养虎鱼海。养不要提养虎啊，养虎是蓝色的啊。啊，没有，养虎也有红色。现在把它变红啊！你又错了，要把养虎变红。我给你讲两个信息，你可能关系青训，就是小一辈的青训啊，就是未成年的我。我们三翔哥一直关注的，养虎有两个很厉害的。叫平四，平四，一个叫鞍山东厂，现在到处看好的青训基地，胡说八道。没有啊，世运会的时候是这样的。胡说八道，世运会的时候，你可以问翔哥。世运会的时候是这样的，今年全部被杨浦区收回了，知道吧？现在又收回去了，啊，收回去了啊，因为，这个，他们白洋淀，白洋淀投诉了，知道吧？啊，农商局就老了。哎呦，这个翔哥要告诉我了。哎呦，这么农不是干了夏洛特宝宝的微信了吗？啊啊。根本都了起来呀！哦，你这个梗怎么又拉出来？你怎么又拉出来？一会儿我们明明，一会儿我们下楼的宝宝，我跟你讲过了。明明不对了，对吧？不，你自家阿拉上次直播，他在直播里跟夏洛特宝宝表白。哦，哪有又乱抢了？阿拉飞奔了。三，我们看录像好了。等一会儿，你们两个就我来形容一下，我知道这两个小姑娘属于两种风格。明明可能属于就是，如果用一个武侠剧来说，明明可能就属于那个赵敏。赵敏是夏洛特宝宝有可能就像周子洛。啊，如果我是张无忌的话，你们觉得我会喜欢哪一个？武则是个大武则，我来还给他插一句。啊，弄到这个边界。好了，从这个慢慢吃饭，我走了啊。留个念想，哎，答对了，我送辆警车小车模型啊。张无忌也出来了。哎呦，搿结棍了，搿是张无忌啊！搿张无忌我讲不清，搿不得了。好了，今朝夜到生活就没有话题了啊，是吧？大家看一下上岗张无忌一个。我们刘警官，张国乐。啊，好了，啊，言归正传，言归正传啊，那个 Yuki 和他提了两个人 ，Yuki 和 Jennifer， 对吧？说都是他的，这话是我是不同意的啊。啊，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的封面就是 Yuki， 对吧？啊，不是 Yuki， 这个应该是那个叫什么 Yuki， 周深啊，他也叫 Yuki 啊。我们有他们那有两个 Yuki。Yuki 嘛，他说的 Yuki 就是这个 Yuki 啊。他们这里有两个 Yuki 都是女的啊。他应该是说的是这个小周啊 ，Yuki 周啊啊啊！今天我们直播的封面啊，封面就这个女孩子啊，对对对啊 ，Yuki 啊，大大的眼睛啊。Jennifer 嘛不谈了，对吧？这个就像三哥的妹妹一样啊，这个颜值代表，颜值代表啊，那肯定不属于他的，对吧？啊，他胡说八道属于他啊，这个。三哥在背后说坏话，那不是背后说坏话，三哥群里60个女球迷啊！哦，上次公那个你们有发公告两个，你们有哪个上港球迷群对吧？这个球迷会群也不一定有60个女球迷啊，听到信有吧？没理想有多少？统计过，弄狠了，弄狠了。好了，这个题外话啊。有的啊，唯一的色彩说有的啊，天上星球肯定会，但是我群里一共才200个人啊。就是阿拉讲比例啊，生活球迷不是讲嘛，称那上座率，阿拉不讲上座多少人，阿拉把它比上座率啊，阿拉虹口上来200个，对吧？阿拉8万人听说是23000个，哟，比上那多啊，比上那是22000，我们今天是23000多。多少我忘了。八万人现在人也蛮多的，没有很少。上入了不对，侬8万人啊，是2万3000。那么一开票说，那侬根本侬把伊拉查吧，搿哪能查分呢？对不啦？
你刚才应该开三楼，阿拉今个全部封闭。所以啊，现在三楼才不开了。所以三哥的说的好吧，你上座率你们高，好了吧？我跟你比女人率，女性比例啊，女性比例，就是、男女比例啊，女球迷率啊，我高，几个男的比几个女的啊？对。侬搿能一讲，马上明朝申花球迷全部阿姨妈妈全部拉得来，哎，帮侬比女球迷率。伊拉阿姨妈妈侪是廿三岁。么张阿姨呢？张阿姨拉帮子老太太来。张阿姨勿来了，张阿姨阿拉还是真正经的啊，年纪介大了，对伐？好了，这一扯不知道扯到哪里了。三哥，你今天是到哪个看的？上半场在哪里？下半场在哪里？上半场是19。啊，然后呢？啊，19，中场的休息以后呢，到蝙蝠看台溜了一圈，这个常规操作。北看台啊，然后呢，再去32看台大师那里报报到，跟大师拥抱一下。啊，跟那个今天大师也上镜了啊，跟上大屏幕，跟 Vivian 啊打个招呼，这个都是我们非常美丽的女球迷。也拥抱一下啊，没 Vivian 没有拥抱啊 ，Vivian 不给我拥抱。哎呀，人家这个比较拘谨。上次蝙蝠年会拥抱，他儿子在旁边用仇恨的目光看着我。影响不好，影响不好。那个，哎，这个男的是谁 啊？怎么跟我们妈妈那么要好？啊、对，不太好，不太好。然后呢，也当然我也跟。可能今天说话太直了，可能搞得车享会 啊，可能有点不好意思。我进去就说，我说车享会今天没有起色嘛啊。大师说不，有起色。我们要鼓励鼓励，鼓励为主，鼓励为主。可能比去年好一些啊。那么你今天这样整个比赛看下来，你觉得今天因为上一场你是在电视里面看，这一场是第一次现场看，新赛季的19年新赛季我们80000人的助威。你觉得跟去年来比或者有什么改变吗或者是什么我觉得呢这个提高非常好是吧提高非常好当然了这个而且格局也比较好连起来来光启和那个连起来光启和博基调到了北边对吧22、20国王还有国王也调到北边对不对还有国王然后呢跟正好转过来的话正好是国王就连整个连成一片了，这非常好。然后北看台看上去是红彤彤的一片，就不会是还有海参也调过来一点海参29啊，那就连起来啊。这样子的话就是连成一片，就是蝙蝠不会那么孤单了，原来孤零零的在北看对对对吧？哎，这很好，这个调整很好。然后的话，当然了，主力的吼声还是在16、17、18，就东看台啊，东看台。这个是做得非常好啊，这个比去年是又响亮很多。当然，这个响亮也是源于三分钟进两个球，对吧？把大家的心情就搞得大好，这个也是。但是呢，希望呢，就是我们还是要再接再厉啊。特别是最后几分钟，对，我们这很重要，就是顶住压力啊，3-2了。然后呢，开始歌声又响起来了啊。原来就3-0以后呢，有点就是那一样的，对吧？跟九鱼心态一样的啊，九鱼也是松下来了。侬那不好松，对吧？球迷也有点松。因为什么呢？苏宁不是烂队，是吧？那这苏宁申花是一个烂队，苏宁不是烂队。那搿闲话勿是阿拉讲啊，搿是戚宇阳老师说的。申花就是一支烂队，是吧？阿拉没讲过申花。我相信，三分钟两个球，我相信申花贴吧上的很多申花球迷就会说了，对吧？看到吧？看呐，上钢丝球吧。对吧？哎，开场就进两个，伊拉要嘲笑苏宁就行了。后半场没嘲笑阿拉，上半场没嘲笑苏宁。其实伊拉没我个心态没有劲。其实呢，这说句老实话呢，就是说，其实呢，苏宁呢，也其实是我说句真心话啊，申花球迷也不要不开心，苏宁还是比申花要强一点。那这个，人家客场输你一个，申花主场输我们4个，对。对，这个你可以这样，对吧？可以这样机械的去用算术来。我就讲简单，我们不讲其他的。你主场输4个，人家客场只输1个，那你说谁厉害？对，对吧？申花球迷呢，还是要对球队呢，我们要有一个比较客观比较好的一个清醒的认识。包括我们上港呢，对我们上港队也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对对对，并不是天下无敌，对不对？我们是很多危机，我们是比以前成熟，但是不是比以前强。强大与成熟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如果说你的这个板凳够厚人员配置整齐，再加上你的心态成熟的话，那个才是真正的强大。
那我们现在的精神上呢没问题了，都做到了。但是但是呢这个但是呢我们的欠缺在哪里呢，是个硬实力啊、哦、硬实力我跟你说肯定是下降的，下降的，而且下降的老严重了，包括吴磊，包括三个后卫，对吧，包括浩克，今天我说实话他也是不是100%的状态，他也是打折扣的，对吧，你要搞到宽区踢拖后中卫了啊，你们不下二次，这什么阵型啊，这个是一个已经全乱套了，已经乱了，我相信这个，那真是佩雷拉也是真是有本事啊、哦！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现在还是上一场把那个吕文君搞到边后卫去啊！今天吕文君还是边后卫啊，已经是最大限度的在调整啊，对吧？完全就是说，佩雷拉现在的完全是吴金贵指导的那一套东西，嗯，对不对？佩雷拉怎么吴金贵什么？防守靠堆人，啊啊啊！开局抢进攻，啊，抢开局，这都是我们。都是我们吴金贵的拿手好戏啊，对不对？吴金贵是个好教练啊，实话就你记住啊，吴金贵是个好教练，不要叫人家下课，下课你下也下了，都你在干干，我操了。但是防守堆人，对吧？我们现在打五后卫，近距离常规的话七个人，对吧？搞不好八个也有。对啊，人家罚定位球的话，近距离直接堆九个，浩克一个人在禁区外面，嗯，对吧？今天大家都看到的，没看到的回放看一下哈。对，那么这个时候什么呢？防守靠队人，防守靠人堆 啊，对。然后呢，这个呢，这个进攻抢开局，对吧？啊，这个反正三分钟。这他妈吴指导的战术，这真的是吴金贵，就是以前就是这一套，啊。其实啊，也偷了几招啊。如果是花主场踢上港的时候啊，他如果还是吴金贵指导的话，也用这十个字，防守靠队人。进攻抢开局的话，搞不好就不会输那么惨了，对不对？不是会输，对吧？就弗洛雷斯如果能够，或者说吴金贵如果没加黑的话，至少不会输那么多，对吧？当然了，吴金贵他不会摆五后卫，这个倒是真的，对吧？人家是442的这个大师，专职研究生，还写了本书，对，而且我觉得吴俊贵也是蛮勤勤恳恳的，为了研究上岗还搞了几十页的 A4 纸，这实实在在是写出来的，不管他有用没用，人家至少是花了这点精力，花了这点时间去研究了。那你弗洛雷斯研究了什么？明天我们看弗洛雷斯了啊，到底好不好啊？不过华夏幸福呢，状态目前情况也不好，人都转光了。我相信呢，这一场呢，对申花来说也是个契机啊。好，申花就谈到这里，不，我们不多谈申花，我们还是上岗啊，我们还是说自己。今天你这样，我们最后讲一讲，就是今天你给这场比赛我们球队打几分？你打个分数，如果100分是满分的话，今天这场比赛的表现，你给上岗队打几分？我80分是肯定有，这么高啊？都赢了嘛？还是怎么样？你当苏宁很弱的，苏宁不是烂队，是强队。你当苏宁很弱的？是去年是别个五啊，差一点进亚冠，别个五是吧？苏宁绝对不是弱队，在中超里的话啊，他稍微上游啊，他稍微就是说认真一点的话，就进亚冠去了，对不对？那么苏宁呢？反正苏宁球迷也在旁边，我觉得呢。这个苏宁这个队呢，有苏宁这个队的问题存在，然后的话呢，苏宁有什么问题？他就是说，由于几年以来，偏重于打防守足球，防反啊，就意大利的吹龙珠啊，吹龙珠到那个卡佩罗啊，再到现在奥拉罗尤，对吧？都是这种，都是一个套路啊。然后呢，就造成了这个球队呢，实实在在说呢。在传控上面，对，在尤其是传球的成功率上面，其实是很低很低的，他已经不会打这种足球了，那么我虽然现在整个这世界也不流行打传控，但是你其实球队的基本的技战术的话，还是从传控开始，对吧？就包括我们上港今天进的，开局的这两个球，其实也是靠传出来的，对对对，对吧？就是奥斯卡中间掉，并不是个人表现。靠整体啊，还是一个整体的配合，对吧？奥斯卡这个是个人表演，这个没法说，一锅二锅，对吧？把球传出来，
今天我相信啊，这个已经过去的这个市场球呢，有一个我们现在说说球员吧，对吧？好的，有一个共同点呢，就是毫无疑问的场上最佳永远是奥斯卡。好，今天好像是浩克评选出来的。今天是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评的。来，你们来说说看，今天到底最佳球员，最佳球员应该是浩克还是？今天本场比赛 MVP， 大家来评一评。啊，您认为？啊，我们让三哥也吃一点吧，因为三哥讲到现在动都没动菜啊，你也吃一点。我们让那个球迷朋友们来评一下，你认为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是谁？好吧，按照你们自己的那个想法，去评价一下啊，让三哥稍微吃一点。啊，三哥那个说到现在为俺们吃苦，我都没做你了。没关系。啊，那个就我认为啊，我说我的观点 啊，个人的观点没关系啊。我认为今天表现最好的还是奥斯卡，但是下半场的后半段呢，他跑不动了。哦，奥斯卡是个体力的问题，很明显 啊。到最后，我觉得他最几分钟对吧？他是硬拼的，在跑不动了，已经就跟对方扛紧扛不固定的。他的体力消耗是相当大、相当大的。他来回跑，他后腰上上下下，是 B to B 球员，对不对？而且他臂展很卖力啊，跑动力也有防有攻。那这个球员你再不评他最佳的话，真是没天理。然后的话呢？今天好像第一个球是艾森进的是吧？啊，只是进球而已。第二个艾森还是艾尔克森还是，我觉得退步还是比较大的。对吧？艾森啊，你觉得艾森艾克森稍微有点退步，比较大，比较大，比较大。我是跟2013年的当年的亚冠的那个时候，就是好像一直在往下滑。态度没问题啊，态度没 OK 的。我今天看那个艾森啊，就是你先去掉。今天那艾森就是说上那个逼抢啊，很拼的。我就说，哎呦，今天艾森，而且进了个球，就说，哎呦，今天艾森怎么那么拼？就态度非常非常积极。啊，当然状态可能是不好，但是态度首先啊，态度首先好，阿拉搿点要讲，对吧？你只要是认真踢了，哪怕踢得不好，那也不能怪你。但是你如果是像特维斯这种态度不好，搿就要骂三门，对吧？啊，像布林搿能自家勿控制体重，阿拉就要骂三门，啊。啊，那说了，第一个球不是他进的。哦，是谁？是乌龙。啊，又是乌龙。哎呦，今天我觉得真的，上港队运气真的好。打申花也是靠乌龙，打那个川崎是靠的对方的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手球，对吧？那么今天又是靠一个乌龙，运道蛮好，侬不要讲啊，上港队的运道啊，真好。阿拉天子不是到根宝基地去嘛？不是张明董事长把那个奖杯啊，就是超级杯拿到根宝，我们正好那天去的嘛。他们不是带队员去看根宝吗？然后根宝看到张敏第一句话你知道什么？哎呦，侬运道好啊！根宝讲啊，不是阿拉球迷讲啊，侬运道好，运道好，这个运道好啊！我今天赛前又发了那张图了，对吧？我们张敏抱着我们的这个小女孩，对吧？又灵了，又学学，又学学。今年比较流行个上头啊！今年比较流行个上头。哎。对吧？又是玄学，又是玄学，下次再发，传奇再打那个蔚山再发。然后呢，国内球员的话呢，啊，傅欢呢，虽然他对弱点的判断还不是那么好，但是脚下球的话，他防的没有任何问题。他速度快啊，他的反应快，反应快，就比人家要先速一点。傅欢呢，今天也要给他点赞。哟，他踢了一个就是说完全不熟悉的一个位置，中后卫啊，嗯，然后的话呢，他表现的还是可圈可点。哦，啊，可圈可点。他以前可能没打过这个，没有，从来没有。就临时，就是，临阵磨枪。傅欢这个球员啊，他是非常个性化的球员。虽然他的那个个人的技术啊，还有很多方面啊是不太。傅欢关键问题啊，我认为啊，我个人啊给上港上给佩雷拉提这个意见啊，傅欢如果你要用他的话，一定要他首发。哦，为什么呢？他比较他有个性，知道吧？如果你不给他首发了，他有点情绪啊。他跟别的球队不一样，其他的香港球员都比较乖。而我们这个欢欢啊，他你不给他首发，他就觉得不太爽。不适合替补。
啊，他不愿意去做替补，他觉得就是说，当然了，他也有首发的实力嘛，对吧？这我们要肯定的。朱欢得表扬一下，嗯。然后的话，魏正呢，我就不说表扬了啊，也是中规中矩，对吧？那也没有什么很出彩的地方，这场比赛。张卫没的话说了，对吧？这个重要球，这个关键的一个进球，打破僵局。对，但是张卫的话，在防守上的话，还是尤其是，下半场，也不知道是佩雷拉怎么想的，把张卫调到了右面。他打右边，下半场张卫是靠着我们看台的这边。那他右边本来是谁打的？上半场是李文军啊，他有一个变阵。怎么变的？有个什么样的变阵？你跟他介绍一下、啊。我看清楚啊，我只看到了傅欢的防守，张卫的防守跑到右边来了，然后他一到右边来，啪啪两个球。全是左路传的，都是左路传的。那么这个变阵不成功了啊！这个变阵马上又变回去了，三比二以后他好了，他又回到左边了。那么说明这个变阵是有点问题的。这个变阵有问题。哦啊！变了以后，我们这条路等于是人家啊，跟吕文君换位了，对吧？我是没看到吕文君，我靠，我这边我只看到张卫。所以说呢，刚才为什么要把这两个人换一下？刚才这个傅 F 上港是冠军的，他说他要表扬张卫。我觉得呢，张卫呢今天的表现呢，只能轻轻的表扬一下。轻轻的表扬。因为什么呢？这两个失球全是从他这里度过的，他并没有防。但是话说回来，他也不适合于打右边后卫。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呀。那么这个也我觉得很陌生的一个位置，不是说他个人的问题，可能是教练不知道怎么他当什么会，一般不会变后卫。边前卫可能会换，张边后卫不太会换，好像从来没打过右边、啊。对啊，反正现在哎呀，上港的也哈龙了，也捋他了啊，哈龙了，不是，反正有三个球在手，反正试试看。啊，哈龙了，也可能佩雷拉什么为下一场做准备，打卫三，变个阵试试看，因为三球拿在握，不能把张卫，卫的能力没有那么高，可以随便换位置，不是王申超，还是要打左边，他俩的能力还是有差距的，还是让他打左边。虽然根宝很看好张卫，但是这个话太早了。张卫我是好多年前的话，我说一句，张卫和林创义都是鼓楼小学的，吴磊的师弟啊，鼓楼小学对啊，我今天看了上次说也说了、啊、张卫也南京的，鼓楼小学 啊林创义要表扬一下，对了，你提醒我了，林创义好、哦、好的，可以的，今天啊，他在这个后腰的位置上啊，这个依然他永远是这个特色，他等于是顶了艾哈的位置、啊、对，他就是说攻击上串联，对吧，有点大将风格，哎呦啊，总比口不厚的有米我都一见嘴不起，哎呦，就是视野很宽阔啊，视野很宽阔 啊这个组织还是可以的，但防守呢他会穿，还是他这个问题就是进攻啊，就是不如查维康，怎么查维康主要是清道夫啊，到这里张这个林创义他是一个奔跑非常非常积极的人，就是说他完全可以，那跟着为什么不跟着奥斯卡多学学呢、你看奥斯卡拦截起来就非常的猛烈，抢我的吧，奥斯卡的逼抢是非常大的、对吧，你奥斯卡就有不上的了，靠顶那块，脚骨头顶那块、就这块就是脚快啊，比你做动作比你快快半拍0.2秒0.3秒就扔掉了、就弄开了、小林子啊，好好培养，好好培养，不是好好跟奥斯卡学，这么好的机会，对，再学个两年争取。啊、你就是要把他把自己变成中国的奥斯卡就可以了啊。哎呦，三哥，你这个对他要求高了，小林子要变成中国的奥斯卡，那不是有个定语吗？中国的奥斯卡不是？干老老久工了，中国奥斯卡就抖快了子。他也是，他其实他们俩的国家队，他们俩的攻防属性呢是还是比较接近的。林创义也是攻强于守、哦、奥斯卡也是攻击要比守强防守好一点，但是呢林创义的攻如果说我们说奥斯卡的攻击力我们说算他是95分的话，95分啊，那我觉得呢林创义呢也基本上也就是75到80这样子，哎呦你的分数打得蛮高、那如果说是奥斯卡的防守有80分的话啊，那林创义我觉得要应该是及格的。哦，榜是惨啊，大概不及，不过这个不及格不是很差，就是说基本上就是50分到60分的那样子，同意吧？同意嘛？大家三哥说林创义的防守不及格50分，说他的那个进攻是70-80分，大家同意吧？啊，现在我们人气也蛮高的。不同意？谁不同意？等一下啊，我看啊，这不知道是谁。什么羊什么一锅啊、不同意蛮多的吧，
今天看直播的，同意的多。今天看直播的有各地球迷，啊，包括恒大球迷，啊，山东球迷，国安球迷，啊，进攻高了点啊，进攻高了点。啊，还有江苏球迷啊，都在看。那么，哎，三哥，我们这样，我们请一个那个苏宁球迷江球迷来跟我们说两句，好吧？好的。那个你跟他聊聊，我现在去叫，就在我们隔壁，好吧？嗯。啊，我这边再搬个凳子，来，你坐，你坐。去拿个凳子。嗯，反正我觉得零创业还是要多鼓励啊，多鼓励。然后的话，外援里面呢，浩克还是差强人意，这个年纪大一岁啊，真是不能小看。这里面呢，我想到了一件事情啊，就是说，我再跟，当然了，我不管上港俱乐部听得到听不到，我还是要提一个建议啊，就是说。我希望我们队的第一点球手能够换一下，啊，不能再浩克了。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 PPTV 啊，你们知道对吧？现在是啊，苏宁控股啊，这个苏宁是大老板，然后的话呢，马云也参股了。这个 PPTV 呢，他做了一个特辑，什么特辑呢？就是分析。浩克罚点球的特征，这个特辑里呢，我看了一遍，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啊，就在 PPTV， 啊，范范来，范范走，你们你龙叔，好，来龙叔来。好，我们那个江苏球迷代表啊，今天一个是上港球迷啊，一个是江苏球迷啊，介绍一下好吧？啊，介绍你说，范范你是哪个球迷会的？给他介绍一下。啊，十二人球迷联盟的，十二人球迷，秘书长是吧？不是，我搞负责这个后勤会的。啊，总后，服务的，为大家服务的。你好像是基本上每次来上海比赛都要来。基本上有时间都会来，对吧？一个啊，你们上港啊，说详一点。然后还有嘛，就大家都懂的，隔壁的球队。到这里，是跟上港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到八万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完全是两种。不一样。今天你们那个开场的时候，你们那个 DJ 啊，欢迎江苏球迷，这个不一样的，这个，他们不会欢迎的，是吧？我们不是第一次遇到了啊。上次在南京、啊，范范也请我们吃饭，今天要回请一下啊。而且我我最感动的是范范是我们的这个忠实粉丝了，对吧？也是我们上港球迷客栈的忠实观众。这个我经常听这个翔哥这个三哥啊，这个直播。哎，杨林，我认为你们这个，特别你三哥这个作为上港还有翔哥啊忠实的球迷，这个讲对这个足球这块啊，有些方面讲的还是叫实事求是，讲的还蛮高的。是，这个忠实球迷。是。因为呢，我们苏宁上港啊，我们两家。不仅是球迷的关系非常好，对吧？而且呢，场上球员呢也很有渊源，对吧？像顾超，顾超是我们这个东亚根宝基地出来的，今天又来都给你们去现场了。哦，对，我们也蛮感动。然后的话，给他鼓掌。无锡跟吴磊，对吧？他们的睡一个房间的，吴磊这个睡一个铺的兄弟，他们在一起的。一个房间的，这个是很不容易的。而且他们国家队好像也是互相支持传球的。吴磊嘛，吴磊走的时候，张琳芃不是有一个视频，他们在顶球嘛，打乒乓球啊，还有顶那个球，顶来顶去。三个人都有互动。张琳芃、吴曦，吴磊，他们国家队三个啊。然后的话呢，今天的场上呢也看得出来，虽然呢就是说啊，就是说这个啊。比赛还是比较激烈的，对吧？然后呢，但是呢，大家还是非常友好，就没有什么像申花这种什么肘击啊，或者是打人啊这种没有。今天这个比赛总体的这个节奏啊，还是蛮快的。这场比赛总体的时间，整个一场
也就一张黄牌，没有什么停顿，就是没有什么恶意的，就一张啊，就一张黄牌，对不对？都最令我感动的是什么呢？啊，就是说当3-0我们领先的时候啊，正好有一个球，对吧？是有一个苏宁球员是谁我不知道，就躺地上了。然后受伤了，严俊凌把球就开出来了。谁？汪松是吧？严俊凌把球开出来，但这个球呢没有出界。啊、哦，看我这边看的没出界啊。然后的话呢，正好呢是我们的这个苏宁的我们杨啸天杨卓石，杨卓石，杨卓石今天光明顶杨卓石对吧？啊，他呢啪拿到球了，啊，拿到球呢，然后呢。开球呢，他就把球已经0-3落后了，把球还给哎呦，那这我们正常，我们还没看到这个是正常，还没看到对不对？还给我们、这个正常的，对不对？大家都会还，有好成绩都会还，对不 对？可是因为他没有死球，所以呢，这个杀掉那个叫什么？那个裁判叫什么？那个叫黄叶军，黄叶军呢吹哨了，为什么？这个球没死球，不能这样搞，对不对？你呢，把球拿过来是真球。重新争啊，就在中场这个地方争球，争球呢，争就争了。上港因为已经3-0领先了，争球呢不争，让过去，让给江苏啊，啊，就还是还给江苏，还是杨卓石拿到球，杨卓石第二次再把球再开回给严俊凌，哎呀，这么客气啊。就是0-3，都就是上港也让，他们也让，就是江苏让上港，上港让江苏。三哥那个吃不了，等我看给他看一下。哎，你给他转一下，转发一下。哎，你看我朋友圈有的。你看我朋友圈啊、哎。哦，这个双方球队这么友好。哎，就是说已经就是照理0-3的，哎，对吧？那大家讲起风尚，对不对？你对对，是你的球权，我还给你，对不对？我们也不客气，不要。如果裁判再吹了，真球你不要了，那就算了啦。那我就开始得了。他这个就让我想到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是说明什么呢？哎，苏宁球员对这场球的胜负看得很淡哦，看得很淡。这个等我来讲一个啊，我把那个没事，你分享，你分享，分享一下，没事，我们看、对对对，我们那个范范把我们的直播也分享给江苏球迷，我因为今天这个直播啊，就是我们双方第一次啊，三哥，我们这个节目第一次有那个我们这个同场竞技的球迷来参与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是不是？对，以前好像从来没有过第一次。第一次啊，范范，你很荣幸啊，你是第一个上我们这个节目的。对，这个我跟你讲的，我那段时间，包括你，我都看的，你直播那个你们上港那个新这个球场，你是直播去的？哦，上港新球场，你也看的？我看的，还有那两天你们三个人，在这个就踢完亚冠以后，你们三个人直播到12点，我也看的。啊、哦，我都跟你们打招呼的，你们没我看到没有？人太多了，刷屏刷太快了。我基本上都听你，都听你。反正我讲的三个有你们讲这个讲的这些东西有道理，对这个球迷足球这一块认识的这个啊这样，不是有的球迷他讲这样也比较客观。对。其实今天这场比赛，你树林这个球迷，我跟你讲的。啊、哦，怎么讲呢？我们能保平，能拿到真胜，保平真胜，哎，保平就行了，啊、哎，对吧？你一人拿一份，一人拿一份，哎、我们对对对，就拿一份，我们也满意了，就像去年一样，哎、一人拿一份，0-0，哎，对不对啊？满意了，但是今天主要开场没想到，开局有点快了，我们。因为我们也确实不在状态，开局不在状态，开局可能还没进入比赛状态，不在状态，你家里还没现在我们在这边看1分钟2分钟进一球吧，啊，你家里喊我们在家里跟我们那个朋友讲，啊，这样估计你们最起码再庆祝一会儿，还没庆祝好呢，啊，哪有两个球，第二个球了，这个就可能，对，我们球迷也没想到，哎，我们球员也没想到，但是我们讲。这个估计到后来我们他就士气球员的士气有点啊，哎，他这个2分钟3分钟一下子心理压力比较大，对，不是这个关键不一样，我认为啊，还是一个就是说球员的一个我们说啊，就是说他打仗一样的，你要有一种杀气，知道吧？啊，可是呢，上港球员和苏宁球员踢球时候啊，这个杀气啊会啊自动往下降一点。这杀气不够，对不对？如果是上港更升华或者苏宁更升华的话，那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肯定是一吹就大家就神经就绷得很紧了，
啊，所以这里面有这样的问题。对，如果你们在虹口的踢的话，那肯定是神经从第一分钟开始啊，要拼到最后一分钟。对的，对的，应该是不一样的，对吧？积极性是。听练说的时候，你估计你想教练奥拉鲁他们估计都没想到，都没想到，教练肯定没想到。包括讲你们今天三个球，你也不会想到。没想到，我三分钟二比零绝对。我们的心态是下半场，上半场零比零，下半场估计。能进就进，不进也结束了。三分钟就二比零。今天呢，而且呢，这个开局太落后了。让我想到呢，就是说，我们谈谈苏宁队啊，就是说，今天很明显呢，帕莱塔呢，他没有上一次，就是我们去年客场打苏宁的时候啊，没有那个、那么状态那么好，就帕莱塔没有上一次，就是清道夫的作用没发挥出来。在哪里那个转身面那场比赛确实他发挥的。然后的话，苏宁啊，现在超级发挥。我是说啊，这个球队啊，我觉得啊，由在拉米雷斯走了以后啊，这个腰的问题啊，不是，就是没上场以后，没上场以后，他始终这个腰的问题没有好。今天是谁当后腰啊？田一龙吧。田一龙和谁呀？田一龙吧，和谁搭档？五十嘛。田一龙五十呗。哦。最后换人换那个粉末员换的是，为什么呢？那个田一龙啊，无锡的拦截呢，他比较靠前啊，他这个苏宁的这个双后腰啊，他是一前一后的，一前一后的，就是说偏防守的呢是田一龙，嗯，那么我们今天的开场啪啪这两个球对吧？其实呢，虽然是边路的突破，哎，但问题是在中路的拦截是没有做好，被奥斯卡过掉了 啊，所以说。中路的拦截，今天其实是他没有第二个点，第二点没有，二点机会没有，就是二点球都拿不到，没有。哦，他呢，就是说，如果说苏宁呢，我认为啊，就是说还是要在。这个阵地战上面要有一些加强，嗯，就是说，你看我们失的这两个球啊，完全就是苏宁的一个快攻，还是快攻，对，啊，快攻，两个快攻。如果像上半场，你看后面上半两个球进好，把控球权让出来，嗯，你任由苏宁攻，他就是攻不下来，对不对？对，机会都不多，机会都不多，啊，就是你所以说呢，就是下半场反而机会多了，在整个的阵地战，而且最后几分钟看特别危险。都是插着球门柱出去的，就最后几分钟，都插着球门柱。就刚才跟他们讲，跟你这个苏宁要再给点机会，那时候这个比赛说不定再踢十分钟难说的，再踢十分钟啊，那就打平了啊，对，就是因为这个时候已经顶不住了，其实就下半场你们有点可能体力啊、体能方面注意力啊，下降那个了，苏宁的两场比赛我都很经常是现场看，对吧？上一场的主场对天津泰达，我也认认真真看的。其实苏宁对天津泰达的下半场，很像我们今天对苏宁的下半场，对吧？对吧？对吧？有点像啊。对，也是一个松懈。第一场我们也讲了，二比零的时候，这个有点松。教练也讲了，奥拉鲁又赛后不讲嘛，说是二比零就感觉到球员稳了，就是稳了这个东西，而且。对，你家里看，而且他关键泰达也下去一个人了。泰达还罚下一个，你们多一个人还给他罚。但他体力反而不像十个人在踢我们十一个人啊。大概下半场20分钟左右，体力就受限了，不行了，体力就被电竞就进了。上半场60-70分钟，体力还是有模有样。上一他还少一个人，叫对，他还少一个人。天津还少一个人，给他要是讲要如果要如果那天再给点，就像今天要如果再给十分钟，那他就有办法了，他怎么办？对，一样的，一样的，就跟今天一样的。有道理啊，所以有道理。我觉得呢，这个从状态上来看呢，我觉得呢，当然我相信啊，苏宁啊肯定会很快的调整好。对，这个我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苏宁有就是调整不好的是什么呢？嗯，我觉得呢，还是呢打法呢要趋于多样性。对。老是靠防守开工，金崔龙珠，金这个卡佩罗，奥拉罗有三个人一套路数，就是说以防守反击，就是说这个呢，可能呢会就是有点战术有点单单一，你光靠这一招。一招先要夺冠的话呢，我觉得呢，蛮难，会有点不够。其实这个东西不管我们两母子，要有信心，要有信心。但是怎么讲呢？不是没有，我们也喜欢。我始终认为啊，树林，我们在我心目当中，这个没对我们啊，这个很客观，对不对？我觉得范范说的很客观，对吧？这个球队还是有一些问题在啊，有些问题在。但是呢，毫无疑问。苏宁经过之前的跟恒大的这个
对抗，对抗，对不对？当年是你们抗、啊、抗衡的、啊，抗衡英雄。抗衡，这个是两个人。是，然后的话呢，再到现在，其实我觉得呢，苏宁呢也已经走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嗯，就说任何一个中超的球队都不能轻视，任何一家中超的球迷都不敢说苏宁是个弱队，谁敢说？苏宁肯是趋于强队这一类。前几名的啊，就前几名，亚冠很稳定。什么都没有稳定了。这个什么讲呢？苏宁他成绩很稳定，他有时候也是的。遇弱不强，有时候对对对对，他就哎，遇弱不强，遇强不弱。这个就是这种气质呢，是强队气质，但是呢，离冠就但不是冠军气质，不是冠军啊，就是离冠军还是还差，稍微要稍微有点有差距，的确有差，的确有差。希望就是说能够啊。能够补强吧，就是说，尤其在腰这个问题上，我还是觉得后腰。苏宁在这一块，每年这个转会都投入也蛮大啊，也就是吃这个后腰，吃这个这一块啊，腰后腰，你要始终就是始终来不了，没解决好这个东西嘛，关键嘛讲的，你觉得俱乐部也不知道怎么想的，我们球迷也得只能讲讲啊，对对对，只能讲讲，我们只能讲讲啊，就像我们这个不演员，对啊，也没办法，他不演员他赢不来，我们球迷进不来，就讲的。但是球迷看到问题，他这东西都没办法，对呀、啊。其实你们球迷都知道这个后腰的问题，对呀、啊，你们早就知道了，我们都看得出来。俱乐部也知道啊，俱乐部也知道。教练奥拉罗也知道，去年的时候他解说的时候，他讲我缺一个什么叫缺一个，我缺一个就一锤定音，一锤定音，啊，一锤定音，一锤定音的人，而且其实就缺这个高度的会这一块啊，他始终就来不了。也就看俱乐部。埃德尔还是蛮好啊，蛮好的啊，蛮好。但是埃德尔的这个目前呢，也就是说，其实呢，我如果让我来选的话啊，我会倾向于用像就是佩莱这样的。哦，高中锋佩莱高点，这个你那天有低高点来，那天我们还讲了的佩莱这个球员啊。其实就是苏宁最需要的，最需要的。哦、如果佩莱到，他现在这个体系的话，如果把佩莱换成埃德尔，那就是冠军气质出来啊，就是冠军球队不一样，不讲冠军球队就是不一样，他不一样，他不一样，就缺佩莱的。他多一个套路，因为什么？苏宁的其实真正的一个，除了我们说外援以外啊。外援都大家都差不多，对不对？对啊、苏宁三外援跟上港三外援也没有差距多少，对不对？但是接下来就是比的是什么？国内球员啊，而苏宁的国内球员爆点，吉祥是，我说句老实话，他是也是灵光一现的事情啊。我们说天降吉祥，那天上掉下来了，他就好了。那有的时候我在练职场，你也不知道他在干嘛，对不对？我意思就是说啊，状态不稳定，爸爸不要生气啊。我意思就是说，苏宁。真正的国内球员的爆点在哪里？啊，还在无锡身上。关键、啊，我们国家队也是靠无锡。为什么？你讲为什么每年国家队每次国家队就是招他？招无锡，这次又招进去，这有道理。那么无锡的一招是什么呢？无锡呢，其实有一点中国的保林尼奥的味道，就是一个后插上。无锡是啊，无锡的拿手好戏，他就是后插上。对对对。那么后插上，那么我要问了，如果前面是特谢拉加佩莱？对、啊，你这个后插上作用就出来了。因为、啊、为什么？你他靠他回做一点，就像昨天今早上吴磊那个球，吴磊那个球，对，啊、后座给队友棒打进去。苏宁就是缺啊，就是需要像佩莱。埃德尔很好，埃德尔的作用呢，跟特谢拉有点重合了，他们两个重合了，他们两个作用有点重叠了。对苏宁这个作用啊，能够佩莱要比埃德尔要来的更好。对。佩莱就是佩莱这种，那球主力我讲的，我讲这个佩莱这种人要上到苏宁来，哎，那你这个这人就没法。没事，你们聊。继续。今天结束，我们讲的这个也可以接受，毕竟你们这个香港啊，这个也是。我觉得3-2这个比分呢，就是双方都能够接受。能够接受。我们因为主场嘛，总会想赢，对吧？我们能。江苏呢，也是打出了自己的风格。因为讲的，你们讲，我们还讲的，我们实话实讲，我们几个人讲，你毕竟冠军队，你要输给你们不成，
哎，不成，输给冠军球队不成，那都玩这个三个，你毕竟冠军了，对，这个实话实讲的，这个不成，输也不成。对对对，3-2，你讲最后球员一样的，最后也确实拼了，下半场拼了，上半场当然确实是，而且你们这个拼啊，差点就是把这个三分拼下来了，因为上港队真的已经顶不住了。我们刚刚三哥讲分析的，上港队已经到了极限了，下就是你们在。就是最后压垮骆驼，最后这个稻草放上去就不行了。再一个，实际如果再有5分钟的话，5到10分钟这个结果很难讲。5到10分钟结果，我们讲再有5到10分钟这个结果就不一样。后来到后来，我们球迷也是已经是拼尽全力的在助威，因为看到球队已经是在崩溃的边缘了。拼了，这个你们现在也没办法，你们而且我们礼拜三刚刚打完一场那个亚冠，你们要踢这个亚冠，跟那个川崎前锋一场恶战。对不对啊？你们目前拼了90分钟，肯定还是要主导双线作战。确实累。双线作战肯定是你疲劳。对，关键这个球队就要看球队这个后背。后背一个板凳，不能有太多伤兵，一个有伤。你让你弄几个伤兵在板凳承受不顺，这个双线作战确实是这点。希望呢？难，艰难。我个人的希望呢，希望苏宁呢今年呢能够把恒大呢挤出亚冠去。哦呦，因为呢，从恒大挤出去，从开局的这个两轮来看啊，嗯，其实国安和鲁能啊是可以看得出是比去年要强了，有亚冠的想。国安他今年是有想法的啊，有想法，国安今年有想法，他是有鲁能也不错，啊，鲁能他买了一个啊，多了一个套路，鲁能他买叫费莱尼，他买了一个费莱尼，真的厉害，费莱尼那个人有用。费莱尼实际我们上港那时候也讲，费莱尼这个买一个的，一个加后卫，他不行是吧？那么Big Four 比去年差的呢，其实是上港和恒大，啊，就硬实力上啊，尤其是我看了恒大这两场球啊，不行，恒大这，你觉得恒大不是恒大现在是连赢两场，你觉得他不行啊？昨天但我看你昨天是昨天吧？啊对，跟天津吧。他虽然1-0，他赢下来了啊，但是你想要没有那个什么黄优手杜佳，他这么一赢，赢不出，他不加赢不出，他赢不了，他真没有，他的包括你看那个他的这个表现很差，那个不加表现，他这个状态反正一塌糊涂。要是去年那种状态，有几个球啊，他是肯定进的。哦。对对，这个塔利斯卡好像昨天都打飞了。对，实际塔利斯卡的作用没有高拉特强。对，高拉特的穿插和组织能力比塔利斯卡就前场的组织。塔利斯卡最大的作用就是禁区前面左脚的一脚远射，他这招很强。但是对，但现在中超各队研究过了之后嘛，对他的有针对性防守。三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这位兄弟要隆重介绍一下，来把那个镜头转过来。三哥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位是我们兄弟，这个 Tony 啊，是我们 Tony 皇家西班牙人八的大巴主啊。好，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吴磊始终。好，吴磊始终，你是皇家叫那个八叫皇家西班牙人八。不是西班牙人吧？对，大家记住有皇家二字，有皇家正版的。对，也欢迎大家喜欢吴磊，喜欢吴磊的球迷，一起来巴黎来交流聊聊，来大家来聊一聊。今天早上这个比赛你看了吧？今天早上看了。吴磊这个表现你觉得怎么样？今天你给大家评价一下。今天早上呢，这个60分钟比赛60分钟啊，吴磊有9分钟的时候一个助攻嘛啊。实际最大的亮点就是9分钟这个助攻的跑位，包括那个西班牙联赛他们官方也做了一个动图的的跑位啊。那吴磊的这个跑位那个按照董路啊申方健的说法，这个跑位绝对是世界级的哦。他这个球呢也是寻求配合，他把他头球点下来，点给了那个费雷拉啊。以吴磊的能力，这个球他胸部停一下然后抽射也是能够打的，但是主要还寻求一个配合嘛，毕竟刚到队也没多久。他这个球好像那个东体说他有点像当年那个德比那个给浩克的那个回传助攻，就浩克就是一脚端射对那个邱胜炯的那个后点，但是呢李帅的后点给浩克这个球呢
是进出外后还调整了一步。对对对。费雷拉这个呢，基本上就是点球点已经他就是这个头球点的很准。对对对，很准，他直接一脚端就直接端进去了，完全没反应。对，说明他这个头球回做的水平很高，毫厘不差。而且传的是格拉内罗，格拉内罗传也传得很好。他这个轻重也真的很好，然后呢，可惜就是那个卢比嘛，主教练卢比稍微有点保守，这个好像赛后被媒体或者球迷好像诟病的很厉害，诟病很厉害。但是呢，从教练的角度上来讲，他今年的目标应该是还是定在保级上面的，也不能说你来了个夏季来冬转来了个新援。你马上就准备冲欧战区了，虽然说吴磊六场比赛嘛，六场比拿了十分，两胜四平，差点也就十二分了。嗯，但是呢，对教练来说，他还是以保级为第一目标。然后当时的情况呢，吴磊体力肯定是有下降的，他的回防到位率比上半场差了很多。昨天好多人讲教练换他是不对的，昨天不讲嘛？对对对，有人都把他换，说不对，因为换下去就被人家进了。对，对。其实他想保这个三分，他想保还是没保？他想没保住。范，我问你，现在江苏球迷看吴磊的也蛮多的，是吧？多哦，因为是家乡人嘛。对对，南京鼓楼小子，南京的。我们原来就讲的，原来你讲哪人？来，跟范一起聊啊。对，原来你讲这个武秋娃没有教过西班牙人，这个你讲哪个？他真没有人看这个队，哪个你讲冠？没人看的，皇家西班牙人。皇家西班牙人。我老实讲，我以前是巴萨的粉丝。对对。哦，你是他的同城对手。对，我以前是德比头的死敌啊，因为我喜欢梅西。所以我以前的巴萨都看皇马，都看巴萨看皇马。我以前绝对是巴萨的粉丝，对，因为我喜欢巴萨那个时候西班牙最鼎盛时期，他那种传控风格，对，真的漂亮。但是呢，吴磊转会之后呢，直接我们讲难听点，就是从上港投进到申花去了的那种感觉。没有，你看那天踢了一场，那上一场那个 PPTV， 我朋友讲看的，那个1700万的这个人都看 PPT， 光个 PPTV 就1700万。对啊，那还有其他的呢。对，第一场嘛，第一场的时候有4000万的观众。这个效应真的是厉害。他这个吴磊到这个西班牙，这个西班牙人是赚翻了。我记得是进球之后嘛，上一轮进球之后，他的身家就是中国老板嘛，新辉娱乐，他那个股票好像是连续7天涨停，市值涨了11.62亿，这个效果真的是。其实我们上港前面也没想到吴磊过去能这么快的适应，六场比赛的表现能这么好，我们也没想到。他目前来说，我们都讲目前来说还是蛮成功的。目前来说蛮成功。就是然后下一场嘛，下一场对塞维利亚，然后就是休息2周之后的巴塞罗那德比，这两场呢，老实讲是见成色了。其实吴磊确实还有踢球有灵气。这个他的特点就是这个，他的特点就是跑位。你如果说让吴磊去跟西班牙这种后卫去扛身体，他扛不过。他的特点呢就是跑位，空位的穿插。这个他的这种跑位需要中场有一定的支持。在上个时候，为什么吴磊进球多？中场有一个世界级的奥斯卡。对，这个很关键。你像去年他进了这个29，他已经关键奥斯卡，那今天比赛前还有一个消息说，有3个西班牙的球探来看了今天跟苏宁这场比赛。你觉得今天无锡有没有可能也到西班牙发展一下？这个不好说。无锡和吴磊是好朋友嘛？对对对，这个好兄弟。那吴磊。无锡有没有可能发展一下？三哥，无锡什么？我说今天不是有3个西班牙球探来看比赛，觉得无锡有没有可能去西班牙联赛发展一下的？无锡应该年纪太大了，三十岁了，不，他们不可能引进一个30岁以上的球员，不可能。
没有任何这个动机的要去引进一个中国的三十岁以上的球员。而且说句难听的，其实无锡的体能并不是这么好。都是你。来来来，一起来。一起聊起来，我们女球迷也懂球弟，女球迷也有懂球弟。那其实说的江苏球迷可能不是特别爱听，其实无锡体能不是这么好，是吧？为什么这么说呢？怎么讲呢？就讲呢，因为有时候可能不稳，有时候不稳，有时候不太稳定。对。但是总的来说，无锡是个不错的。但是你要说无锡他是防守好，还是组织好，还是什么好？你们可能我觉得，我作为上港球迷说不出来，我不知道你们作为江苏球迷，就是说能不能说出来说无锡你觉得特别优势的一个点？还是你讲，他毕竟有时候讲国家队，每次国家队都能造他，大家就刚才三哥讲的对，他确实他有一定的特点。一个他武器，他就是有一定的特点。对，他一个是后插上嘛，前面三个讲的，一个是他的后插上，另外一个他防守的覆盖面其实也挺广。因为我当时无锡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在申花，当时申花的比赛我也看，为什么申花过来的？对，他从申花到江苏的嘛，他当时在申花的时候表现也是属于那种很有灵性的那种球员。就是说苏宁现在可能就是后腰，如果无锡再配一个硬朗一点的，那可能中场的控制力会更强。就是刚才讲，就是声音稍微小一点，要的，要的，高度的，我们也是。我的观点啊，无锡是个好球员，对，啊，即便是现在三十岁以上的啊，这个我觉得啊，如果说有这个机会啊。我假设范范，我是只是假设啊，假设啊，可以苏宁肯放人的话，如果我是上港俱乐部的话，我都愿意要，肯定要，我愿意要，真的肯定要。这个不止你上港，这个你讲的，他恒大都愿意啊，对吧？无锡这放出去肯定是抢的厉害。申花放掉无锡，这个申花球迷都现在都恨到现在，对不对？这个你。确实是个好球员，因为一个球员的话，你可能他不是在这个技术特点啊，他可能没有那么鲜明啊，都不是说我这个突破很好，或者说或者说我的这个速度很快，对不对？但是无锡的，我觉得他，我最喜爱他的地方就是他对比赛的一个投入，对对对啊，正他这个国家队那种一个球队里啊，真的正品，一个球队里啊，你需要有一个这样一个大哥式的人物，对吧？尤其是在啊，当球队落后啊，整个队比较士气比较低迷的时候，他会站出来，这个是很难的，很难的。这个就是我们啊，看到就像皇马的拉莫斯啊。对吧？他就是你说他很好吧，不见得。对。但他的硬朗，能够提振整个球队的士气，这种球员也是非常值钱的球员，啊。那你说，如果说像刚才女孩子啊说的，如果说是说无锡啊没什么好，那么我就要说了，苏宁队如果撇掉这三个外援的话，那么比无锡好的还有谁？对不对？如果在我认为的话，那无锡肯定是苏宁国内球员里面头牌，对吧？我相信所有的苏宁球迷都应该赞同，都会赞同我的观点的，对吧？这个是肯定是属于苏宁国内球员里的头牌，毫无疑问的。吉祥都没有他稳定，吉祥没有他稳定，没有他稳定。啊，那至于周云啊，至于杨少天啊，包括李阳啊，这个就。我认为这是还要在下面一点，还要在下面一点，对吧？我如果我是国家队的话，如果我挑选这个苏宁的球员的话，黄子昌因为他年轻，这另外说啊，另外说他有年轻的加持，他年轻本年，年轻就是本年。那我要挑的话，我第一个就挑无锡，对，第二个就挑吉祥，对，对吧？像去年讲吉祥，他是不受伤啊，你不受伤，他其实正进国家队，他都能。目前中国球员的普遍水平都比较低，对不对？你不能去在里面选哪个时间啊？那么挑中国球员，你讲非常好，真的非常好，要挑到完美的，
对呀。那么中国球员，中国球员哪些算？大家都差不多，对不对？对啊、都不没有什么特别好。那么你挑什么样的？你说这吧。挑什么样的球员呢？就是挑、啊，就是挑精神属性好的。对吧？你要说这个技战术水平的话，我认为啊。所以呢，这个呢也是男球迷和女球迷啊，这个差别比较大的地方啊。女球迷看球的观点啊，可能啊，女球迷啊会挑一个啊，就是说会好像比较特色比较鲜明的，在某个地方会非常出彩的这样一个球员啊。女球迷会觉得呢，黄子昌小黄人，对吧？哎，小黄很多女球迷喜欢啊，对啊。那问题为什么？他有特点嘛？有进球啊，有进球啊，有数据，有数据。但你要说黄子昌比吴曦好的话，嗯，那我这几十年球白看了，对不对？对吧？黄子昌的发展会比较好，但是你说现在比黄子昌。我相信总有一天会超过吴曦，但现在肯定现在肯定，毕竟还是69嘛，毕竟才20岁、21岁，小的还是小，97、98。黄子昌努力一点，追吴磊，对吧？啊，对，两人的特点也有点像，他们两个人有点特点。他虽然讲的他个子也不高，那对啊，定个目标嘛。啊，黄子昌。也还可以，但是就是受伤对啊，他有这个不太好，就是说太玻璃的话，这受伤接下来好了吗？现在这个就是这个国家队啊，这个国家队这个拼命用啊，就又伤着了，国家队招，国家队招，幼儿三招，他是忍哎，你像忍就拔不进去，你晓得？搞去年搞了个什么国选拔赛，你要是他去踢，你像其实我讲那时候我们也讲过，其实这种比赛啊，没办法。没有意义的比赛，没办法，没办法。你搞这个东西干嘛？是奥运选拔赛，他搞个奥运选拔，两个队，没办法，97、98，两个次，我跟你们香港的，还是跟你们香港队，香港队，我跟三个去扬州嘛的，他还搞个奥运选拔队，还对足协领导来说。他也要成绩，人球员用伤的，他的来回奔波，所以这个年龄段没出人，对，只有一个黄子昌没出人，所以这次不是中国杯嘛，反应这么大，不准我说的是前锋，不要招吴磊嘛。反应很大，教练不讲嘛，说他不，好像这次是没招他，这次好像是没招，不会来说他不会，没招吴磊啊，没招。三哥本来说是要啊，没招，说他没招。你三哥你说的意思是招是不招，但是他要回中国啊，这个要这个也不敢说，现在也不敢，又不敢说，不敢说啊，不敢说啊。你本来说是他准备回来的，这个不敢说。那反正就是说，还是要巴萨要打完的了这场啊，巴萨要打，巴萨这场好像是万众瞩目啊。巴萨这个对，而且这场比赛提前了，提前，对，本来是31号，现在我们球迷票机票都买好了，是晚上11点，11点，对，本来买的机票是31号的，没想到他改到30号了，那这球迷只能改签机票。所有前面的球呢，都是上港球迷在捧场，对吧？收视率很高。这场巴萨那场球，没必要上港球迷捧场了。全国球迷都看了，世界球迷都看了。巴萨的球，这个是加泰罗尼亚德比，巴萨的球迷，加泰罗尼亚德比，本来就是巴塞罗那德比，他们俩家都是叫那巴萨德比，他就对，像那个伦敦德比，而且是在诺坎普这么一个伦敦球队，这么一个，因为我们这个叫什么？托尼对这个巴萨也很熟悉，对西班牙的现在手，现在皇马是讲手心手背都是肉啊，手心手背都是肉。但是呢，现在还是希望吴磊能进球。这个实力上来讲，这个对巴萨球迷啊是一种煎熬。为什么呢？真的煎熬，就对中国的巴萨球迷，你肯定是巴萨球迷嘛，他肯定希望巴萨每一场都赢的，对不对？对吧？对，能够夺冠，对不对？那但是呢，如果是。又碰到吴磊，那么你这场球的立场在哪里呢？你在看这场球的时候，你心里面在念叨，到底希望谁赢的？有中国的巴萨球迷有点啊，有点这样，看不看还是看还是看吴磊，还是看西班牙？我每次想到这个问题啊，我就会想起那位天狼星的那位女球迷，那个啊，她是巴萨中啊 ，PP 啊 ，PP 啊 ，PP 啊 ，PP。这场这个是比较煎熬的。
到底这是谁好啊？又是上港球迷，又是巴萨。我们有很多巴萨。就是最煎熬的就是上港巴萨双料球。如果是如果是申花巴萨上料球迷，没事的，他就是巴萨。啊，他就是巴萨啊！哦，申花巴萨球迷，申花巴萨，那就看巴萨，那肯定看巴萨，那要看巴萨，对，申花上港巴萨球迷，我们这种上港巴萨球迷，我看比赛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看了。那你请个转型当，皮皮在不在看？上港皇家西班牙人球迷吧。转型转过来，你就不尴尬了，对吧？对，又可以支持吴磊，又可以支持上港。我觉得皮皮说不定在哪里和老板在拼钱。啊，对，也是跟家属求援。对，继续吃，边吃边聊，三哥啊！我刚才又叫他加了点水，等一下我们煮羊肉啊。是这样。反正今天呢，礼拜六。对吧？也可以聊得晚一点，没事。我们反正，畅所欲言嘛，大家也可以聊聊有什么想问三哥的也可以啊，对吧？我觉得就是说，就是已经中超基本上踢了一轮半了，对吧？基本上恒大呀，像山东啊、国安啊、上港啊，都两轮踢过了。亚冠四强都踢过了啊，对吧？江苏也算，都基本上两轮都踢过了，你。评价一下这个两轮下来，这个包括山东、国安、恒大、上港的这个表现。我觉得国安是实力已经显露的非常。今天好像是3-0，客场4-0，哟，后来又进了一个4-0，赢了重庆。对，哟，这个是在重庆4-0，没有一个队敢这输。对，很难的。他那个主场啊，主场是非常难打的，一点面子都不给重庆。这个郭万是领先，他是今年本身他是有想法。但鲁能今天好像是打平了，最后没有被河南逼平了。啊，建业的主场也不好打。建业主场也两连平啊，也不好打。但是呢，鲁能呢，他能够打平的，我觉得也是可以，因为鲁能呢，我明显感觉到呢，他可能还不算不说是很强很强，但是呢，他比去年呢是肯定是有提高，他多了个套路，鲁能主场，今天是鲁能主场，今天鲁能主场，那就是这个有点，鲁能主场，而且他是上刚刚亚冠没有赢球，对，打平。今天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是说什么呢？就是鲁能的这个双线作战啊，他已经不习惯了。哦，多年没打了，多年啊，也不是多年嘛，但反正就是说以前他是亚冠常客了。他好像一直亚冠是惨案队啊，亚冠输印尼什么的，老是输。我们这个朋友讲，他看亚冠不看好他，他多少个亚冠场次惨案都是他找的。啊，不看好山东亚冠。如果说我他那组很弱的，我如果。小组很差的，很差。我这么说啊，如果说国安能够很快的就下定决心啊，放弃亚冠的话啊，我说这个联赛冠军对哦，国安放弃亚冠有可能啊，有可能。他如果他现在呢，他如果以他现在的牌面的话，现在牌面那一定要果断，有可能他争个小组第二还是有希望的呀。你别这，那就把你拖死了呀！不是说，那你还是联赛六强、三线六强，你后面还有足协杯，还有足协杯，你这个你拖过啊？对，跟我们去年道理一样的。你看他现在，去年我们为什么能夺冠了？就是因为早淘汰了，就没想法了嘛，就好。被那个淘汰了，被那个普和淘汰。如果放弃这个亚冠，他这个联赛啊。这个就厉害了，这个就厉害了。他以他这个配置，板凳又那么深，对吧？他今天是张玉宁也上了，张玉宁还进个球哎，板凳又好，对吧？如果说他单专注一条线的话，啊，那个无敌的，那真是无敌的啊！所以哦，你的意思要国安放弃亚冠，这个好像。他们俱乐部球迷都接受不了吧？那我是行业，那你接受不了我就不说。这不一定，这不好投，这个不好。但是呢，国安这个也不好，输了全北0-3嘛。对，你输给对3-1啊，3-1输1-3输全北，他们那组还有浦和。对，所以国安这组呢，实际真的是很难。就是去年那个分组出来的时候，不是讲了个笑话嘛？说山东和国安让足协杯冠军嘛。就是说山东那组的对手都很弱，相对弱一点，
山东小组出线正常来讲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然后国安那组实力实在太强，国安强，国安那组实力强，他全北现在什么不好踢，全北和那个都不好踢，强不就强不就我再浪掉嘛，对、啊、对，但是我觉得国安这种他这种可能永远争第一的球队 也是要争一个出线，你可能说淘汰赛他可能放掉，但是小组赛我觉得他不太会直接现在第一场输了就放掉，可能会阵营。对，如果下一场国安下一场再输，下一场如果再输的话，那估计就直接放掉了。后面两连败，两连败后面四场。国安如果说他要他能够争到小组出线的话，倒反而我觉得他亚冠应该要动点脑筋，搏一击，因为他全北和浦和意味着被他干掉一个。哎呦。嗯、然后他出现以后又碰不到另外一个了，那出现就碰不避开了，那估计他要动、他要动那种动、出现以后是对川崎、对上港、对我们这组、川崎上港蔚山和那个悉尼 FC 这里面两个某一个队，哪两个呢？那我估计是川崎肯定是有一个，还有一个有可能是上港，弄不好国安出现就直接碰上了。上港这一组还是情况比较复杂的哦，还比较复杂，你认为？我觉得呢，就是说，目前来看呢，还是上港拿第一，占据第一啊，可能性是比较大，可能性比较大一点。因为从实力上来看的话，也是，但是就是上港就是一样的问题，他经不起三线折腾，知道吧？对对对对对。如果单打亚冠这一线的话，是没什么问题的，因为我们可以四个外援齐上。嗯，这个在啊，这个在亚洲范围内的话，都是比较难找到对手的。国安下一场打浦和红钻，客场、主场、主场也不好打，不好打。浦和不好打，浦和日本球队都不好打，真不好打，真不好打。现在亚冠碰韩国、碰悉尼都不怕，碰韩国、碰澳大利亚不怕，这个很怕就怕全对话日本。除了全北之外的韩国球队，没什么，没什么日本。现在这也是日本，而且日本有一个，如果我们输的话，日本应该是放开外援限制，外援人数限制。哦。他就是说，哎，我最好的一批球员，我全部送到欧洲去了。那我现在我就说我引入更多好的欧洲球员，我来锻炼我国内这批二流一点的球员。啊。我觉得是这个板子，我不知道三哥怎么看。对对对，日本好像就是这样，但是日本他那个你看，就你们看好像是那个，就是如果有我厂球迷或者是那个德国球迷，波多尔斯基，你是兵工厂的球迷，对，阿森纳，对，永远争第四，争四狂魔，我们就不说什么了，我们就佛系看球了呀，阿森纳这么多年之后就佛系看球，对不对？嗯，就是波多尔斯基现在应该是在日本的哪个队，然后那个队现在好像还买了一些其他的欧洲球员，如果大家可以去看他的那个人员的话，女球迷基本上就是这样啊，他能够说出那个名字，他却说不出那个队名。我来帮他补充一下啊，神户胜利船啊，神户胜利船，哎，女球迷啊，叫我怎么说呢，这个但是不错了啊，能够说到这说啊，是做到这个层面已经是不错了，也就是senior级啊，对吧？这在女球迷里面是相当的高级。其实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说过，就是如果你们看今年上港的防守的话，如果大家有打过篮球，可以去看一下篮球里面的联防，二三联防、三二联防的转换，还有包括二一二联防的转换，这样的球的强侧、弱侧这样转换，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佩雷拉大概的一个思路在那边。但是呢，就是我们现在就以一闯一个裹脚的伤停速度，今天好像蔡卫康又伤了，对的，赛前王申超伤了，我们就是先是第一个是石科，德比贺冠，然后王申超我中午就说了，翔哥不让我说，不能说啊，我就说，因为他中午是王申超在日月光吃那个毛血旺，知道吧？正好遇到我们球迷啊。今天王申超中午没有在宾馆啊，在日月光吃毛血旺，毛血旺遇到我们球迷了，然后一起合影了，然后发出来。然后说再吃毛血旺，那肯定不可能上了。我大吃一惊啊！我说那晚上踢球，中午吃毛血旺，怎么可能？我跟你说啊，三哥，这种事情如果是申花队啊，有可能的，像孙凯一样的，对吧？明天要比赛了，今天晚上还那 KTV 去唱唱歌，放松一下。
但我们上港队球员绝对不会啊，晚上比赛中午吃毛血旺，这个不可能的。平时也不能吃，不比赛也不能吃，那估计是忌口的啊，肯定是长期不能上了，应该是会休息一段时间的。不是那个嘛，申花他们传了一张照片嘛，啊，什么照片？百家俊好像进球场的时候手上拎了一袋肯德基嘛。啊，进球场还拎个肯德基，比较早了，对，这比较早的事情了。所以现在我们这个形势啊，三哥非常严峻，下一场对蔚山，你看看这个球怎么弄。就在我们这个四个主力受伤，吴磊出国这个情况下面，苟住啊，还能怎么说，我们下苟住就行了。我们下一场这个这属于半个队，这个球啊怎么打？对啊，我跟他观点一样，苟住 你跟蓉蓉观点一样，苟住啊，苟住，后卫不行就后卫，打6-3-1啊，最多那就是客场争取拿个一分，对对，客场保平，如果拿一分也满意了，因为我们现在小组是第一名，两个其他都是一分嘛，马后面你们上港客场能拿一分就可以了，把这个关难关渡过去，哎，然后下面就是长间歇期了，两周间歇期了，你就对对对，要争取啊，这个上港这个难关渡过去，伤病的这个客场这个压关，你能不输，能不输能拿一分，有点伤病，不惜学卢比吗？学卢比20%控球率，全场守住啊，守一分，守一分，我也不要三分，我就要守一分。那我下个礼拜去韩国就是为了搏一分了，三哥，我要争取要捞一分回来，带分回来。这场球拿一分完全可以满意，拿一分可以，可以接受，非常困难的情况。对，下一场，你就认为下一场我们到蔚山这场比赛，如果能带回一分，我们就满意了，能够接受了。但是偏偏呢，又碰到是蔚山，知道吧？为什么呢？因为蔚山这种球呢，它其实呢是遇强不弱，弱不强的，就是说这种队就难的。它不是全北，对啊，它是你强，你强队他不怕你，他怕你。所以呢，可能呢，就是说呢，我觉得呢，上港呢是应该可以主动示弱，完全可以，就是像今天踢苏宁的这个进了两个球以后的这个踢法，就收在我就放弃进控球权啊，我放弃控球权了啊，我偷能偷一个都不拉拉倒，对不对？我保证不失球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看看蔚山他能不能嗨起来。应该是这个板子啊，应该是这个板子。那么好在呢是，主要呢上港队呢，你说，主要踢球呢还是靠那四个外国人。那么现在四外援，现在这个四个外国人呢没什么大问题，身体还蛮健康的。四个外国人，但是感觉今年胡尔克身体机能下降很多。那是没办法的啊，老了，大一岁了。今天而且沃克其实应该伤还是蛮好的。我觉得今天这场到后来，胡尔克前场接球，他球本来护住的，被苏宁后卫挤几下也就挤掉了。对，以前不会有这种，以前不会，肯定不会有这种挤不过他。今天你看有几个球，那个李昂也上，蛮那个的，对。李昂本身的身体也不比胡尔克差多少。李昂身体蛮高的。今天李昂，李昂就是个小胡尔克。对，今天李昂高壮。今天李昂那个表现不错，表现不错。李昂，但李昂转身也挺慢吧？应该这就是他的缺点，这就是他缺点。转身有点，就是他缺点。应该是你们给他搭配的中卫搭档是谁？这就是他的缺点，佩莱塔。帕莱塔一样怕身后的，帕莱塔也怕身后，但是现在上港没有吴磊了，所以就是你打帕莱塔，你没有这个速度。帕莱塔怕身后，苏宁打防反，怕什么身后啊？对，你没有空间的呀，对不对？而且有一点，李阳和苏宁一旦压出去了，对，苏宁他一旦自己控球，然后压出去打了，在帕莱塔身后空档就来了。苏宁不打的话，怕其实意大利的中后卫还是蛮稳的。实际的帕莱塔的位置，他不是一个中后卫的位置，他是站在门将前面的一个清道夫的位置。最稳嘛，最稳嘛，扛在瓦罗了。对，帕莱塔是绝对稳。你看他到苏宁以后不一样，他那个。而且帕莱塔还有一脚出球，所以说白了就是，如果说你们拉米不踢，其实帕莱塔打后腰。除了不能插到禁区去远射之外，他来了。其实对，像那个国内球员，像李阳、什么杨博宇啊，都跟他学了不少东西。对对。哦，李阳跟那个帕莱塔学了不少东西。对。
老而弥坚，包括配合啊之类的、配合啊之类的东西。就像我们一七年跟卡瓦略也学了，跟卡瓦略学了不少东西。当然，卡瓦略要比帕莱塔要好。他这个能这级别要高很多。这级别，这个能学到。卡瓦略球员的能拿的荣誉他都拿了，他除了没拿金球奖吧，其他应该都拿了。世界杯也没拿呀、世界杯没有，葡萄牙没拿过世界杯。卡瓦略好的也只有我们广州恒大的主帅卡纳瓦罗。卡纳瓦罗，当年的卡纳瓦罗。卡纳瓦罗，他好到什么程度？就是说靠他做球员的这些资本啊，可以做教练。有对球员，他的球员他其实是个做不来教练的球员时期还是蛮好的，他名气响，名气响，就告诉球员时期卡纳瓦罗名气响。卡纳瓦罗是那个嘛，唯一一个得过金球奖的后卫。对对对，金球奖，这是难度真的很高。他当球员真的没话说啊，卡纳瓦罗当球员没话说，而且马上就会成为我们国家队的教练。哦，又上去了，国家队主教练了，中国不是集训队啊，不是集训队啊，是正宗国家队，而且是打中国杯的，打中国杯的正版的，而且据说中国杯成绩好的话，留任打2022预选赛，哎呦，这个责任大了，这责任大了。那天昨天我看那个新闻不讲嘛，恒大讲如果确实。证实了，就是要去国家队了。他这个恒大可以让出来，等于他再为国牺牲，他再来再买一个，再叫一个教练来。哎呦，很可能。对，要许老板现在许老板高度那么高啊，许老板现在政治觉悟很高啊，这个算盘打得太精了。许老板他分钱给国家，他马上再找一个教练来。里皮嘛当顾问，里皮还给了顾问。那他干什么啊？十四亿啊！这里。一个今天在来这里，一个我们公司嘛，国家我这了，除了许老板已经发话了，讲如果那个的话，他愿意得。再换一个教练，他正好是，我跟你说，他是甩不掉的苦，甩不掉，正好他最要。甩不掉，他怎么甩不掉呢？他一直把它存着，就等这一刻。啊，他知道这一天有朝一日总会来的。许老板的政治觉悟高，哎呀，一个思路啊！这两天开两会又提高点境界了。许老板，对，许老板这两天会白开的。这两天开会肯定是跟葛正文在啊，葛局肯定在深入探讨中国足球未来发展的道理。对啊。啊，这个两个人肯定是深入。中国足球要靠许老板，真的。昨天不是那个狗局长出来，部长通道，讲了，昨天讲了，说是我们中国足球说了两分多钟嘛，很急啊。我觉得啊，应该是什么，三个人，啊，狗局长、蔡局长啊，当时是工会了，现在是工会主席，还有一个许老板，哎，三个人站在一起接受记者媒体的采访，这个就扎劲了。这个如果这个三个人在一起，部长通道，这个就体现了我们中国的什么一盘棋，对不对啊？啊，一切是以恒大围绕恒大的这个发展，中国。而且，你是怎么看待这个许老板的这次搞局训队这个动作？你们江苏球迷是怎么看的？这个一开始呢，有没有什么想法啊？一开始这个集训队，关于这个恒大搞这个集训队啊，这个也讲过的啊。那不好意思了，范范要让一让。我找到你兄弟啊。好，他们去集训，我先去集训，我马上去。出镜干嘛？对吧？我都已经前面都讲了。我隆重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天狼星。啊，524战团这个雪狼战队的这个叫什么？没错，就是我前面宣誓主权的你们。那个叫什么？看直播的各帮五招牌打平我。哎，今天而且三哥是作为一个节目的封面。哎，我今天特意把它放了封面了。嗯，我都不知道你会来。很幸运。我这不很幸运了？我老早没人带一起的，我就叫一嘎亮嘛。哦，嘎亮，因为他是带一个眼镜妹妹，眼镜妹妹啊。我们又可以啊。有认识 UK 的有吧？认识 UK 的打个招呼，兄弟们来跟 UK 打个招呼啊！啊 ，UK， 我们第一次啊 ，UK 第一次上节目啊，上我们的那个上港球迷客栈啊，对吧？啊，第一次上啊，三哥来评价 UK 啊，我也没看到助威的样子，但是我很难想象，我等一下给你看个小视频，在天津啊，天津泰达，我们有个小视频助威的样子啊。三哥对 UK 的评价啊，这个是。四个字啊，清秀佳人啊，
同意三哥这四个字的打个一给我看看好不好。清秀佳人啊啊，清秀佳人有没有同意这个说法？来来来，不要拦不要拦啊啊，哎，有个二嘛啊，大部分都是一，哎呦这么多一啊，公叔也打一， DK 潘也打一了，哎呦呦，他们还是很认可三科的评价的，那是事实嘛，对不对？啊，这踢五则退额，你有什么不认可的？你不要把实话说出来，柔柔，低调低调。啊，没办法，我就是这么耿直的啊。我现在化成雪狼老母鸡，柔柔就这样子。雪狼老母鸡。今年会有很多的远征嘛？有在计划。有在计划啊！去年是去了天津是吧？天津全广州。广州你也去了？是哪一场？十月3号。哦呦，夺冠啊！就是五比四那场。五比四那场啊！哦，这个是这个好紧张啊，好刺激这个比赛。而且远征到现在，基本上我去的都赢了。都赢。哦，你这个幸运女神啊，这个啊，上港幸运女神啊。做个锦鲤的图标啊，可以可以啊，那个如果我们有进一步 Yuki 他会远征哪里的消息，我们及时通知给大家群友啊，不是群友就粉丝们啊粉丝啊，大家就是跟着一起去了，对不对？一起去啊，可以啊，当面去看一下啊，我们 Yuki 啊周周啊，然后的话 Yuki 今天比赛看下来啊。今天看下来的话，就是上半场的话，我们是有一个开门红，因为上场才只有2分钟不到就进了2个球，我觉得这是开场的一个势头比较强。然后下半场的话，虽然是吕文君一脚远射把比分扩大到3-0，但是之后在60分钟的时候，江苏苏宁的谢鹏飞在短5分钟之内又进了2个球，都是他进的。对，都是他进的。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会有一定的心理压力，因为在关键的时候又在关键的这个比分，他们在乘胜追击。对，后面有一个球是缺了越位，蛮危险的。对，如果那个球如果不翻越位的话，其实他们就已经起势了。是的，但是二比三的时候会不会有点不慌？不会啊，不紧张吗？我们球员跟着小哥助威啊，小哥助威吧，球员。助威就不紧张了是吧？也不是不紧张，今年吴磊走了，我觉得上港已经不一样了，无论是在战术上、气质上还是气质上，我们是冠军球队，我们更是冠军球迷啊，我们是不一样的。说得好，好，鼓掌。冠军球队，冠军球迷啊，可我觉得讲了，你球迷比我们境界高，我们那是紧张的要命啊！啊，你紧张啊？没有，其实托你紧张死了。其实今年就是吴磊走嘛，其实就也会比较佛系一点。为什么？因为就相对来说，我们缺少了一个这么一个反击中会跑位的点。啊，看西班牙人也会觉得，哎呀，说比如说七号或者说达达尔这个独卵。又不传球，对吧？吴磊跑的位置又是挺好的，对吧？因为其实吴磊也是需要这么一个传球手，而我们也缺了这么一个反击中的速度点。对，那我们的男球迷们啊，刚才我们在直播啊，他们都纷纷在担忧，下周三对蔚山的那场客场，你怎么想？你会不会担忧？客场对蔚山现代的话，我觉得话客场对蔚山，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实力的。有一定实力，那你预测一下，你觉得是胜平负？胜平负啊，没关系，你的一吧啊平好吧？哎呦，哎呦，平很理性啊，不是那这个哥哥就是啥？这个就是冠军球，就是。524战队，包括是三哥群里出来的女人，就是这样子的啊。哦，既充满信心，不慌不放啊，热爱球队，但是呢，也非常的客观理性啊，知道吧？嗯，知道吧？听到吧？不是这种啊，中一提到呀，就是讲啊，闭着眼睛讲，肯定赢，肯定赢啊！不是闭着眼睛讲，至少2个冠军。也不是那种，哎呀，怎么办啊？上港又要输了呀！实在受不了呀！辛苦伟健啊！这个群里反正也有的，就是
一天到晚、就是、啊一天到晚反正说上港要输球了，就是胖哥哥嘛，就在第五排，你要批评胖哥哥了是吧？胖哥哥，胖哥哥老师没有，太低调，太低调。我给你们这样一个白眼行了吧？啊，胖哥哥就站在你后面，没场比赛他在第五排。啊，就在你后面，差不多就在我们后面。胖哥哥也是，我觉得因为经常看球，像就像明明一样，他其实也同意这个观点。我还是要说，嗯、就是说老球迷呢，他喜欢攒攒人，知道吧？嗯。他不太喜欢在比赛开始之前去奶一下自己的球队啊，他有这个习惯。嗯。啊，所以这个也是。其实贴吧出来很多都有这个习惯。啊。今天也看到明明了。你见到明明了？啊，对啊。哦，你怎么看他来的？我是结束的时候哦，你来的啊、哦？一结束我就那个一定要看到，我就站在天狼星看台门口啊，左边是你们 Nono， 哎呦啊，嗯，右边是左边为尊嘛，那我看 Nono 站左边，我就站到右边来了啊，哎呦，你这个像两色像狮子一样啊，就那三个啊，就欢迎大家退场，对吧？这个托尼在我后面，那么后来讲啊，什么天狼星退场退了15分钟啊，有那么夸张吗？天狼星零度啊，我就等了门口的退场，我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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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退干净的，非常最后退干净的一个看台的啊，人数比较多，人数比较多。然后我看到啊，不只是 UP 啊，然后也看到啊，五二四战区就不谈了，都认识的，对不对？啊，明明吧，啊，小楼我也看到，对，今天来了，今天小楼来了，小楼专门过来的，我非常吃惊啊，因为他一这么远，一直在北京的，对不对？啊，对对对。然后他跟我说了，他说今年会。啊，多来北京待待，杭州待待，哦、那么他有机会杭州到上海进啊，主场就蛮好蛮好，啊、哎小罗也是你的粉丝啊，那当然 啊，小罗是铁粉，三哥每次直播都带个女粉丝过来啊，是吧啊下次有很多，我群里60个啊，好吧，这个看直播的单身的男球迷，快点找三哥。啊，找我也没小刘找过了呀，小刘找了没有？小刘找我找了一年了，到现在还是单着呢。啊，这要各凭本事，对吧？这个只负责牵线，这个还是后面要各凭本事。没有，我说过了，雪狼老母鸡上线，对吧？都是我的。门有球迷说你长得像曾宝仪，啊，这个评价很高了啊。哦。还有说今天被我们说的不好意思。还有说像年轻版的梁咏琪。梁咏琪年轻的时候有点因为呢 Yuki 呢他非但是人清秀，而且呢他还有一个非常好大的优点啊、嗯哦、我们纯粹说长相啊、哦、他人高哦身材高、啊、但 Yuki 身高有169对吧，差不多170吧，啊170哦170那是高了，那是高了，瘦嗯，那身材吧就大家晚上睡觉自己想吧，好吧、嗯、那这样吧，180以下的通通免谈。我们还是180，我们男球迷里180以上的是蛮多的啊。没有啊，因为不是说175以下的基本上都会把自己身高多报2厘米。那你要求要提高一点，185。对，然后178的都会谎报成180，你要提到185。没有，178有些人还比较期待，对吧？我估计呢，他基本上呢，他一开始呢，对明明有点想法。然后呢，后来呢，他发觉呢没有机会。上次好像表白谁了？啊，上次直播呢又向沙特宝宝表白。那我认为呢，他依然还是没有机会。那下一个。那这样更加没有机会了，这种不专一的，对吧？直接 pass 掉。啊，所以我可能我会啊、干脆就帮他提提速啊。啊，蝙蝠的花姐姐，我可能会帮他去。这我觉得可以啊，可以。有一定的这样的缘分吧，可能讲不定就是大家认识，有的时候也是看缘分。对对，我觉得靠缘分嘛。不知道啊，这不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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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认识，你别跟我讲。三哥，我给你比个数。我也知道这个，我们不去谈了，人家谈这个东西啊。这个开玩笑可以开玩笑。嗯。好的，今天我们球迷都很幸运啊，能看到三哥，能看到江苏球迷，还能看到我们的。Yuki 对吧，就这个是大家今天看直播是赚到了、赚这样就赚到了啊，那你还要怎么样，我不说嘛，我们60个个个来嘛，对不对啊，那你要吊人家胃口了，下一次不开直播不行了，对吧，那这60个一个个来就一个赛季啊，那不吃了，一个两个赛季肯定办得到的啊，
啊，一个赛季是因为主场的话差不多也就你这个要三个主客场全勤了。对，六十场主客场全勤了。啊，鱼片对吧？鱼片可以啊，鱼片我跟他约一下。啊，鱼片也在我的群里。鱼片到时候我估计带着宝宝来上节目。还没生呢。哦，还没生。鱼片，因为鱼片呢跟 Yuki 呢我们是不一样的味道，对不对？嗯，那个鱼片它非常的啊，非常的战斗精神。Yuki 呢它是清秀啊，理性啊，这个知性，知性啊，对，嗯，它身材也很好。嗯，那么鱼片呢它非常的性感啊。哦，成熟鱼片的话，我个人的建议就是说，如果可以的话，征求一下鱼片意见。如果鱼片能不来的话，就不来了。因为毕竟作为贴吧球迷，其实申花球迷关注他蛮多的。那更要对，就是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一直说的，就是说，由于申花球迷的造谣，他一直把宝胜的那位女球迷啊照片搞错，要那不是我们不是要为了要让显摆鱼片有多么漂亮。对，而是我们要我们要帮这个宝胜的这位女球迷要澄清一下，要澄清一下，搞错了，对，搞错了，他老是造谣。对对对，宝胜这位女球迷是很也蛮尴尬的，啊，又不是他，啊，对吧？申花球迷嘛，有的时候就是拉来乱乱来了，乱搞了，乱来了，啊，完全不顾人家的这个按照沈宁律师的这个思路，你能不能侵犯人家？完全可以啊，完全可以的啊！你侵犯人家肖像权，人家可以去告你，对对，是吧？那么我们还是希望我们我一直这么说啊，就是说我们可能跟我们上港球迷跟申花球迷比啊，可能从一些球迷文化的一些积累上面，包括甚至于我们的球迷人数上面，虽然我们这几年的成长都很快，但是我三哥还是很非常确定的说一个，我们比申花球迷不管说人数人的基数上面，还是从这个一些对球迷文化的一个坚持的一个年限上面我们都还是有点落后的，还是有差距，还是要继续努力，还是有，但是我们可以拿出来跟申花比的如果大家比球迷，以球迷球队就不用比了，对不对？比我觉得是都惭愧的，就球队已经没有可比性了。如果比球迷的话，我始终认为上港女球迷的人数是遥遥领先申花女球迷的人数。哦，这样的。那不是说申花没女球迷，申花也有女球迷，也有女球迷，但不是比例。不信的话，你每一场也是2万人，我们基本上也是2万人，对不 对, 对, 对？然后把8万人的女球迷全部拎出来，你把红河的女球迷全部拎出来，数量肯定是我们多。啊，哎，为什么上港的女球迷会那么多呢？你分析一下原因是什么？因为上港球员比较帅。讲到帅，我讲个故事啊。今天我来的时候，我那个23看台，我旁边是单位里一个领导的夫人。我那个领导夫人坐下来的第一句话就是：“哎，袁俊明真的帅。”然后他扑了球还会去清球，真的是有意思。也是50多岁了吧？他大概。他都那么喜欢袁俊明。对，他说袁俊明。哦呦，这个戏份无数了。对啊，袁俊明。对北京，对国安那场那场球不是三连扑嘛？之后那个镜头，球清了一下。他说：“哎呦，那个清球的动作真的有意思，真的好看。”上港球员颜值上呢，跟隔壁比呢，要稍微高一点。这肯定是，特别是要比强秦升啊、孙世林啊这样的相比来说，个人的吧。从下笔来说，稍微长得这想法你不对啊。秦升现在不在申花秦升现在到大连去你不能让大连人背锅啊。那我说当年的秦升啊，对对对吧？当年的秦升是吧？为什么说申花都瑞典？这什么意思啊？哦，瑞典呢？这个典故是贴吧出来的啊。瑞典在欧洲的整体的版图上，属于东北方向啊，然后呢，申花都是瑞典人，就是说东北的，都是东北对啊，这个意思。应该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有瑞典、芬兰和挪威三个北欧国家啊，对，属于欧洲的东北，就瑞典是最偏东北那个，
对，要比芬兰和挪威还要东北。然后再往那边的话嘛，就是我们那个俄罗斯的毛熊嘛。我们俩蛮像的吗？你是不是我们俩蛮像的吗？有点像妇女啊，真的有点像啊。对，好了，又多个女儿。哎，三哥就是干女儿嘛。啊、我明明也是我，她是我干女儿啊。已经认了啊，认了。啊，那你责任大了，你到了过年过节，你这红包要是发得来，我俩不认得了。啊，至少要发红包。六十个女球迷一人只红包。我主持人要加讲了。啊，我不会。三哥蹲了屋里向收红包。我不会招呼嘛。懂了吧？啊，竞标户嘛。竞标了，要竞标了。哎，三哥，你香烟老酒吃不光了，总归有人拎得来呀。哦，香烟老酒对呀，哎，谁要送啊？肯定要拿。啊，对呀，要送啊！哎，对。哎，讲到女，就到胖哥哥的女，上大屏幕了，上大屏幕了，看到吗？看到，他说上海上港势不可挡，耶，对吧？胖哥哥他女儿眼睛很大，眼睛很大，可爱吗？可爱，跟我女儿当年一样。啊，是吧？胖哥瘦下来颜值还可以。哎，对，哎，胖哥哥当年真的那么胖吗？真的是很胖。真的。去年。哎，那女人怎么我觉得？不一定是以清爽啊！是的，我干嘛？我刚好你那老婆那样那漂亮啊！哦，你觉得颜值高啊？啊，女儿嘛，对不对？小这个叫女儿也很可爱啊，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我们低调，我女儿其他没什么贡献，去年牵了一下伊哈洛的手。啊，签完收以后，这个伊哈洛对上港没进过一个球，包括对长春，在长春，包括在申花，这个扒了女人一气收，对吧？好了。进球到上港零封哦，到现在没进过啊！伊哈洛，伊哈洛射门辰光要响哎。哦，上次签的那个小姑娘，有球迷指责我呢，说三哥说话有点过分吧？是这样子啊，别人呢我不能说这个话，但胖哥哥我可以说。因为什么呢？胖哥哥成为上港球迷是三哥一步一步把他领入。哦，侬是四五年一领进门啊？哦，一女来吧，看上港啊？哎呦，侬哥是，哥不得了了。胖哥哥现在是个忠实的上港球迷啊，所以在胖哥哥那里啊，三哥可以乱说，因为我们像兄弟一样。而且你答应胖哥哥要带他去推油的。我第一，我带他看了他的人生的第一场上港的比赛。哦，是你带的，第一次到八万人，我说人就是他。哦，然后我又陪他买了他的第一件上港的球衣。哦，也是你陪他买的，是我陪他去买的。哎呦，所以呢，就是三哥呢，就是干的就是这件事情，这样的事情，啊，就是你就发展啊，就是把球迷为上港球迷的发展壮大，对吧？把一个门外汉来拉进来，对哦，侬哥起到老大的作用，所以自家人开开玩笑了，得讲，啊，这个你不了解我跟胖哥哥的这个密切的关系，一直到今年啊。就算我不说师徒吧，就算师兄和师弟吧，对不对？啊，一直到今年啊，那我就没管他了，因为2019年他加入了天狼星球迷会，三哥的这个接力棒呢就交给我了，交过去了啊，交过他现在五万四千同嘛，对啊，交给我了，交给我了啊。那么接下去我会把他照顾好的，好吧？你放心，胖哥哥。啊，就跟第五排是队长是谁啊？胖哥哥跟个这个胖哥哥的这新的那个，他的群里的名字叫哈来来的胖哥哥，对对不对？哦、然后四弟的名字是哈来来的四弟，你是叫哈来来的三哥。那么呢，四弟呢今年呢加入了蝙蝠，蝙蝠啊，胖哥哥呢加入了天狼。你好像都是这种，把人家就是说这种变成上港球迷后，然后把他再安倒。然后你就放心了，就是安置到球迷会。哦，三哥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二传手。哦，而且呢，我会继续去做好这样做好这样的二传手工作。啊，我们要点赞。啊，点赞。这是我为三哥点个赞啊！大家为三哥点个赞啊！点赞。嗯，我们确实需要三哥这样。一旦进入球迷会呢，我觉得呢就没问题了，就是肯定是对，肯定是始终了啊！刚刚有个球迷说什么？说三哥DK 潘说你是皮条拉得好，就算拉皮条。但是我要说一句话，就是三哥这样的拉皮条的，我们希望越多越好。我要给三哥点个赞，啊，我们就是学这种拉皮条的。我们上海球迷啊，我举个小例子啊，我那年这个就是2015年，不是看那个申花那个，足协杯跟上港嘛，他们不是不给我们票嘛，我们就去买了这个黄牛票，然后去看，
然后呢我们就约好我们十几个球迷在那个鲁迅公园里面吃顿饭，四点钟就吃饭，提前到四点钟吃饭，为了早点进去。然后我们就遇到一个申花球迷，他在文化公园里面干嘛知道吧，一个个人问他不认识的，他就问你要看申花吧，你要看申花吧，你来就先，他这种说的难听点就是拉皮条。但是就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申花球迷，所以他们的人是不一直在增加，一直在增加，因为 你哪怕从来没看过，他会拉你进去看一场，对吧？所以像这种球迷，我就说我们上港就缺少像三哥这样的所谓的拉皮条，就是要发展壮大我们的球迷队伍。很多人不看球或者是对足球不太关心的人，把他引入到上港，让他体验一下，看一场。因为呢，申花呢，的确有很多人就是看了一场申花，看了一场虹口的比赛，然后呢，后来呢就成为申花球迷。哎，他是被这种氛围所吸啊，对对对对，虹口的整体的氛围啊，那我相信啊，那其实我们现在也不差。对，如果有这样的球迷，我进来能够进来的话，那我把他安置到天狼星或者安置到蝙蝠看台，嗯、我相信一样会感受到这样氛围。那当然了啊，那个红日啊、宝胜啊 ，OK 了，都行。车响啊。大师那里也可以。车响，不不，你也不能亏待那个红衣大师，对吧？我们要雨露均沾，雨露均沾，三哥，你这个雨露啊，不能老是洒在这边啊，西看台也要洒一洒，西看台也要洒一洒。西看台，我还是觉得，我们集团球迷会，我今天特意看了一下，就长春老鸭爽啊，集团球迷会的这个战斗力要比还是要比车响要高一点啊，还是要比车响，希望车响能够加油啊，嗯，车响要加油。今天呢，有可能呢，我是要不然的话，就是说下一个主场的话，我们拉一点人，我们散客里有点战斗力的，拉到车响看台去，是啊，带一带，帮个忙，带带节奏，谈不上带人还是他们的责任 啊，我们要去，那你要跟大师沟通一下，沟通一下。哎，三哥，这里有个消息。什么消息？前面结束的一方和富力啊，最后上演全武行，挡起来了，挡起来了啊！一方帮富力挡起来了，富力不是把奥斯卡挡起来吗？对，然后说起奥斯卡，就是那个李提香，就是李提香又惹事了。今天全武行就是他搞出来的。咦，一方李提香，一方琴声吗？一方琴声在旁边助威。啊、什么意思啊？什么叫情绪在边上助威？就是没上去挡呀，没上去挡。怎么上进上去挡了呢？一方上进上去挡。哎，群里面有没有消息关于这个一方和谁啊？一方和李提香。大家有啊，不有那个富力贴吧看一方和富力打群架的这个事情，大家有没有看、啊、是什么情况？谁打了？谁参与的？去看李提香的，他整个啊，给大家介绍一下，有谁知道吧？李提香原来是国安青训出来的。李提香呢，他整个人的这个气质呢，跟富力整个球队呢不太相符。哦，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啊，他是比较啊，踢球也比较硬朗，然后呢，性格也比较张扬。其实富力队啊，性格张扬的人并不多。对对对对，他并不多，都蛮低调的，我觉得啊。有呀，陆殿霞。以前那个陈志钊好像脾气蛮，陈志钊也还好，身心过去了啊。陈志钊我觉得会讲巴会讲那个葡萄牙语的啊。陈志钊也还好，嗯。李提香就是比较狂的，就是比较不是，好像就是说现在球迷了，基本上就是对大连这个球队包括球迷的气质好像有点反感，就觉得好像他们已经把人家腿都断了，还要换个头像全部换成琴声。爸爸，你是刚来吗？刚刚进来吗？怎么现在问一个三哥从哪里搞了一个妹子？你这个，看看我们直播的头像就知道了啊！发发，让他自己看回看啊！你惩罚他，让他看回看，看回看。等一下看录像啊！发发啊，一七零啊，侬不要老乱，A B 八十六，你看一七零啊！发发哪是瘦啊，瘦得来不得了，A B 八十六像竹竿一样。哦，啊，也好的啊，他瘦不来，也长来了。他要小姑娘呢，呼吸稍微胖点。刚刚是在农村里向的呀。啊对吧？你回去稍微胖点，不是我看小姑娘回去胖，稍微胖点，她手袋也不来事，像啥一样，是吧？爸爸老少那是。要像这个啊，我们蒙古族的这个三哥这样，有点肌肉的 ，muscle 是吧？肌肉也没了，当年，因为蒙古族对吧？那个肌肉才是啊，棒棒的啊，棒棒的。哦，扎哈维又进球了。扎哈维又进球了，无所谓了，屋里走了，人家他进了。今年啊，对了，我想一想啊，叫三个平均啊，今年你觉得最佳射手的有力争夺者啊会是谁？
应该我觉得是伊哈洛还是扎哈维？伊哈洛不行，伊哈洛不行啊！伊哈洛人家是银靴，没有，一个是伊哈洛的点球他踢的比较多，在申花的话他应该是轮不上他罚点球的。谁罚呢？瓜林、莫雷诺啊，莫雷诺、瓜林对吧？对，啊，点球轮不到了，啊，点球轮不到，这个就要去掉很多了，去掉很多，大概他如果非点球的进球，大概好像就有十一二个，如果没记错，十三个啊，十二三个，啊，就是说因为呢，你如果说是要找这个金球的话，首先你要去看哪个球队里的他有绝对开火权。对，球到他这里，他浪射也可以乱射的。对，那么像这样的球员呢，我认为呢，一个就是扎哈维算一个，对，对吧？然后的话，他踢飞了也没关系，我们一个个看吧，对不对？那个塔利斯卡算一个，因为塔利斯卡去年的进球率算一些，已经算蛮高了。对，他只是踢了半年，对不对？但是塔利斯卡今年应该他今年可能状态看上去不太好，但是这种状态也说出来就出来了，他还是有绝对开火权。他是爆发的啊，对，他还是有绝对开火权的。然后的话呢，佩莱鲁佩莱。很难，年纪太大，他不能不稳定，不稳定，不能坚持整年的这个状态。对对对对对对对，佩莱还是我觉得还差一点。然后的话是巴坎布图饼啊，土的不要的，啊，图饼的，对，土的不要不要的。然后的话，那个深圳的那个黑又硬那个，哦，那个对，那个可能了。对，那个应该好像如果他有绝对开火权，名字叫什么我想不起来，来提示一下，深圳的，深圳队，深圳的不是那个吗？好像是那个老色鬼搞来的吧，老色鬼做主教练，啊，搞了三个哥伦比亚人，对，作为深圳的外援，然后现在还有几个，嗯，走了，好，普雷西亚多，普雷西亚多，对的，哎，三哥，我提一个人，卡拉斯科不行，卡拉斯科为什么呢？卡拉斯科呢，他的位置决定了，好，哎呦，走了，好。稍等，我们跟苏宁球迷说个再见啊！我们要不行，我们明天要找他们培训。那个三哥，好吧啊，你们在里面到南京再见吧。好，我就只能什么六人呀，这样好吗？合影，好吧？来，合影，合影，你们上来，那你们去，我把上面的，我们先下来，来合影。啊，我们那个等一下，稍微等一下啊，我们那个江苏球迷要走了，我们给他合个影，哎，合个影啊，大家看一下，嗯，马上合完影我们再聊啊，欢迎再见。好，欢迎到来的南京的朋友啊，你们以后是欢迎来自上海，是吧？欢迎站这里，好了，坐不站这里，就站中间，站中间。来，老范，江苏球迷在前面。好嘞，哎，我拿个围巾，好，我们也拿个围巾，我坐这个，不是这样拿，围巾要这样拿，他们拿我们的，我们拿他们的，对，是吧？反一手，那我们拿他们的，他们拿我们的，哎，把围巾给我，来。哪里？还反几次啊？很好的。这个谁有手机吗？我来帮你们拍个照。谁有手机？拿我的吧，需要联系。给我手机，我来帮你们。老师已经被他们说不那个什么。江苏，来，我们把这个江苏战斗。江苏战斗，上岗加油吧！好吧，江苏战斗，上岗加油啊！来，一二三，来，一二三，江苏战斗啊！一二三，江苏战斗，上岗加油！好，我再拍个录像啊！来，你刚才不是录像，刚刚是拍照。好，来，开始，来，开始，我来喊啊！一二三，江苏战斗，上岗加油！好。好，谢谢，好啊，刚才不是那个，好，那你的赞发在群里面，蓉蓉，发在群里面，对，发到那个上岗，那个江苏上岗那个群，好，我回家，有普通的找那个，有普通的。
啊，稍微等一下啊，我们继续，我们继续。来，拿龙龙哥，张姐，你们接接，你们是老鼠。哎，吴雪姐，反正这零零接接老鼠。哎，马上赵永光一个，赵永光球可以吗？啊，啥细胞？好好好，慢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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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啊！南京见啊，南京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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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南京见，南京见啊，南京见，南京见，南京见，来，再见再见，南京见，南京见，南京见。我们今天是穿着洋衫到南京去逛网了，到南京去逛网了。啊，南京我们要有玄武湖喝夫子庙，哎，有请你喝。你要勤快喝了，你一天到晚勤快好，你就知道啊！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我跟那个我们我们那个，我跟老李。啊，三哥。哎，老李。再来，两浦不远。两浦不远。来，一道来。我跟一道跑，正好在跑。好，来一道。三哥呢？三哥。好，来了，三哥来了，三哥来。继续继续。好好。好好，再见，跟大家打个招呼，拜拜啊，下次再来，好，拜拜拜拜，坐坐坐，好，我们现在把这个镜头，好好啊，我们再我们把这个我们把这个镜头转过来啊，好好好，来来，三哥，我们继续继续继续，三哥，你们接着直播吗？好好好，哎呦，蛮好蛮好，我们今天也难得啊，三哥，江苏球迷。第一次跟我们上我们的这个节目啊，跟我们聊了一聊。球迷嘛就应该这样子。对，我们不要像隔壁搞的那样的那个剑拔弩张的，是不是？天下球迷是一家，大家都应该友好相处。场上是对手，场下是朋友。对、啊。是不是这个概念啊？我们多交些朋友吧，到了客场也有个照应，啊、对不对？哎、啊，到了客场我们还能吃一顿，啊、大家喝喝酒，对吧？我们每次去他们都请我们吃顿。我所以他们来，我们也要请他，也请他们吃饭。好，我们、我们继续谈继续继续继续啊。再说说这个金靴的事情啊。啊我们还是说说啊啊，我们之前我没有说完的一个话题。哎，好的。说了一个浩克罚点球的事情啊。哎，这个呢，这一段这一段这个视频呢 ，PPTV 拍的。哪段视频啊？什么视频？就是他分析浩克罚点球的特点。什么特点？做的蛮好的。啊，有理有据，什么特点？我觉得呢，这个东西呢，因为 PPTV 这样拍了，所以呢，这个扩散性呢应该是很高的，就大家都知道他怎么罚了啊啊，的确是这样啊，他而且他不只是一个两个，他是一个，给了综合性的啊归纳，那他为什么不研究伊哈洛，不研究这个就不知道了，那可能呢，他有道理啊，广州富力的，马上就是苏宁，刚好要踢苏宁了吗？对不对？那作为他的话，他作为。苏宁的这个老板，后台老板，后台老板，哎，也要帮助力一下啊，助力一下，助力一下。然后他其实对苏宁倒没什么帮助，但是对其球队可能有个帮助。是的，因为他们也没罚点球。啊、他就是主要的这个观点呢，他就是说浩克罚点球呢，他其实呢、就是说盯着他的支撑脚就可以。啊，是，的确是。怎么叫盯着支撑脚？然后慢这个镜头。哎，什么叫盯着支撑脚？你给我分析一下。就是浩克罚点球，他罚左还是罚右？啊、你只要看他的支撑脚。往哪边掰？支撑脚的脚尖朝哪里就可以。哟，啊，然后我一看，我以前没注意啊，然后这个都分析出来了。然后一看视频，果然如此啊。浩克罚点球，他支撑脚，他是因为左脚是射门的，对不对？他的右脚的支撑脚，他右脚的脚尖，他朝着左边，他就是往右打；朝着右边就是往右打，但无一例外的。这个特点研究出来，这个的话对守门员就方便了啊。对啊，守门员只要看他这个脚尖，那么。浩克现在就要练那个什么反向射门了，就是脚尖往这边打完往那边，不能练、哦、改不过来的，改了小鬼啊，现在几岁了，侬到底改个肯定改不改了，改到后头改了不晓得当了啥么子了，根本还是靠四大力程啊，就是发力，只有发力，但是一发力容易当飞啊，当飞特啊，蛮讨厌的，所以我才有这句话，就是说希望啊，就是说如果 PPTV 助攻有的助的有点，如果有俱乐部的人在看的话、啊、要跟 PPTV、啊、特别是跟那个叫什么啊，跟 PPTV 能没啥搞的了，能就跟上港俱乐部自家内部安排一下，那调整一下，换一个点球什么就可以啊。哦，让一个白研究了，白研究了、啊、哦、嗯，但是好像他还是第一组发手啊、嗯，对吧？就换一个呀，换一个不一定罚那么好。小熊好像还行吧。小熊啊，嗯，
于海我觉得蛮稳的。于海，他经验丰富，心，对心态也好。发点球是一个心理的考验啊，主要是看心理，看心理的考验。哎呦，这个麻烦了，那我们下次也要做段视频，要做一下那个恒大的那个主罚手是保利尼奥是吧？啊，也要做一段。以前好像是瓜特罚的多，现在可能今年开始是保利尼奥罚。保利尼奥。啊，但是保利尼奥以前罚点球的进球不多啊，我们这个怎么去研究它呢？就是肯定是一个归纳统计嘛，对吧？你这个，然后的话呢，还想说一件事情呢，就是前两天有一个微博啊，什么微博？发了一个微博说这个，爆料啊，说奥斯卡已经续约两年啊？我怎么知道？你不知道吗？没看到有没有？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有个微博说什么奥斯卡又续约两年了？不知道那个微博是谁？有吗？有吗？大家看到过吗？哎呦，爆料人在看直播啊！沈亮说的，有的啊，应该有。没有，没有，有人说没有。有的。爆料人谁啊？在看直播啊？球迷啊？那我觉得啊，因为奥斯卡的这个事情啊，对上港球迷来说非同小可，太重要了，非同小可啊。很难想象没有奥斯卡的上港，是怎么样来踢球啊？那当然了，没有奥斯卡也会有其他人会顶上来啊。但是呢，我觉得好了啊，然后的话呢，很难说就是说再顶上来的人能达到奥斯卡的这个水准哦，对吧？我个人的认为呢，不管从2017年的时候也好啊，我觉得啊，就是从奥斯卡来开始，他从2017年开始踢的嘛，2017赛季1到18赛季啊，我觉得呢，他是当之无愧的这两年里面的中超的 MVP。当然了，中超的 MVP 啊，当然了，他最后都没有给他，对不对？对啊，没给他啊，没给他，没给他就没给他了。因为第一年呢，两个闷两脚球啊，对。第二年呢，吴磊啊，对吧？所以今年看看是不是有机会。但是我要说的是，奥斯卡在我心里就是中超的 MVP 啊 ，MVP。就我们三哥心中的。目前来说的话，他踢几年，他就是几年的 MVP。哇，中超层面没有人比他好，还没有找到更好的。你评价那么高，啊。比身价嘛，好不好？不要说我比身价6000万哦，确实，身价高，身价放在那里啊，对吧？而且切尔西的，对吧？那么、我都不用，我这个话都不用叫你们打一，我知道下面了、100个看的人啊，我告诉你，有90个同意我这。但是我问你啊，为什么保利尼奥不如奥斯卡？保利尼奥也是巴萨踢过的，也是后腰，进球也很多。保利尼奥也很好啊，但是比奥斯卡来说的话，我觉得保利尼奥啊，首先他的个人技术，就比不上奥斯卡。哦，不是吗？这还要争啊？那技术上啊，他们都是巴西国家队的，巴西国家队是巴西国家队啊。保利尼奥的技术还不如奥斯卡。保利尼奥呢也是能攻能防啊，奥斯卡呢也是能攻能防，但是保利尼奥呢，他的主要的这个呢，他的主要的一个特点，在进攻上呢，拦截嘛当然是他的一个强项了啊。那么在进攻上呢，他主要是一个后插上。那是后插上，对不对？但是我们说一个球员好，用一个传统的观念来说啊，还是看他的一个能球结合。喝点水，三哥可能呛到，有点呛到。喝点。那奥斯卡今天大家都看到了，对不对啊？这个第一个进球的那种一锅二哦。那在世界范围内也没有多少人能做这个动作，这么狭小的空间里能够一锅二，对不对？技术好啊，而且年轻 他年轻、我不是要吹奥斯卡，知道吧？奥斯卡好坏是有人会去点评，不用我来点评。我相信大家都最后你要讲的是他续约这件事啊，我要说的对。你认为这件事是真的还是假的？就他续约，我认为呢，这件事情呢不靠谱。哦，你认为
假的啊，假的啊，为什么呢？啊、我来、那个、分析一下。刚才沈亮说这个爆料人也在看直播，对吧？啊，爆料人怎么会在看直播？有可能啊。我来说说我的观点啊。啊，就是说，首先来说，嗯，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奥斯卡呢，他应该呢，以他这个年龄来说的话，嗯，他本身呢，他也就说过，他是希望回到欧洲去踢球的。哦、他来上港呢，说白了就是为了赚钱，他自己也承认，对不对？对对对。那么现在呢，钱也赚，该赚也赚了，赚到了啊。嗯。那么，这里面呢分几个来说，第一个，他本人的意愿，他希望是回欧洲。第二个，那么他还会不会继续要赚钱呢？嗯，难，因为什么呢？要限薪了。啊，钱赚不到了啊！这个钱不会像以前赚的那么容易。啊，现在现金一个人年薪多少？最多啊，这个我也不管他，反正肯定没，嗯，跟不上以前能够签一份这么大的合同啊啊啊啊！那么第三点说呢，他呢也是啊，作为一个足球理想来说，对吧？曾经也被英国人点评为就是说，好像放弃理想。这个拜金，对吧？这个也有这样的话，甚至于说他堕落，对吧？这些话都是我们都看到过的。嗯，那么尤其是在吴磊出国以后，嗯，我相信这吴磊的这个举动，对吧？应该也会唤醒奥斯卡内心的他的对足球的理想的追求，嗯，对吧？那很简单的，就是说吴磊都会往国外跑，都会啊。五大联赛视金钱如粪土了，对不对？只是为了自己的理想，那你奥斯卡应该是能够把你比下去，对不对？我相信奥斯卡这个他能够留在上港的可能性，从这几点啊，从逻辑上是还是比较困难，概率比较小，有概率比较。主要我觉得还是限薪啊。然后呢，更重要一点呢是什么呢？我们再回头来看这条爆料，假设真的是。啊，能够跟奥斯卡续约，那以奥斯卡今年的年龄，大家可以知道，在这个年龄段续约的话，肯定不会两年。哦，因为他已经二十六七岁了，肯定是四年啊，二十七岁跟你续约两年，二十九岁对吧？啊不，脑子有毛病了对吧？嗯，两年好像太少了。不，两年以后，他正好是就已经年近三十，然后他马上又要找工作，又下家。对你这种二十七岁的球员，你看中我吗？必须嘛，五年了，直接到对不对？我就在你这里退役了嘛，对不对？那球员要保障自己的利益，因为什么？你要知道，上港跟奥斯卡续约，其实是是上港是翘五峰啊，嗯，对吧？是上港是希望，不是我也谈不上求这个字，对不对？本来就是希望他能够留队啊，是上港会追求奥斯卡，而奥斯卡自己。会比较有优势，对吧？他有选择，对不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难道奥斯卡就这么傻？你说好吧，我跟你去啊，去两年，先去两年再说啊，哈，根本弄不了他了，两年。所以这个爆料人啊，你如果在看直播的话，我觉得你为什么你不想一想这个问题？你再去看看世界上的有点不符合逻辑啊！你这是世界上的，就是说我说啊，高身价球员，这个高身价就是我说句难听点，就四千万欧以上的这些球员，哪有在二十七八岁的时候续约续两年的？对吧？要么别续约续，就像皇马、巴萨续一续到五年啊，就是说三年。你最多你到三年就是起步。你最多到还剩一两年的时候，你把它卖掉是有可能的，但是你不可能只续两年，好像有点太短了啊。三年，或者是三加一，这个是常规操作，对不对？常规操作，那么大家都留一点，对吧？那么俱乐部呢，就是说我用你三年，对不对？然后再看你一年，三加一，对不对？那么到这个时候，俱乐部也保留一个考察的一个。万一受伤了，有一个选择的机会，对吧？那我相信，如果说上港以奥斯卡的这个表现，如果说上港去跟奥斯卡续个四年五年的约的话，我相信球迷没有一个现在没反对的，没有一个反对的。关键对不对，不是现在关键是他续四年五年，上港这个限薪令一来的话，上港能给他多少？如果说是足协有个规定，比如说每个队可以有一个不限制薪水的超级外援。那我相信还有可能，那如果有这个规定的话，就像澳洲澳超一样的，他有一个人是不限薪水的，那还可以。他如果说是必须要每个人都限薪的，那他怎么留得下来啊？他这个收入大幅降低了。嗯嗯
对吧？吴磊出国嘛，也无非就是他这个合同没有办法达到他的收入的要求，嗯，对吧？吴磊还是我觉得还是他为了自己的理想，那当然他也是那个为了要五大联赛嘛，也他的一直是从小的梦想啊，所以我觉得那当然从我内心来讲，我也非常希望，非常非常希望我们呢也奥斯卡能够早点，我们呢也不迷信这种高价外援，对不对？那奥斯卡的确是好，真的好，你这个而且他最大的优点他是这个人素质老好啊，他的很努力，很努力，也比较低调啊，也没什么花边 啊，对吧？不像佩莱啊什么那个，对吧？他们都这个花边比较多，他就是比较低调，而且就也蛮那个，就是说有集体精神的，对吧？也不是个人，大的就像大的一样倒，对吧？自家独大啊。你目前来说的话，我相信啊，就是说你跟奥斯卡续约个3+1的话，我不认为他在。3+1我觉得他亏了、啊、他到后面要看他怎么想，最好能够这个事情啊，要看俱乐部怎么做工作，对不对？就是现在问题关键就是在你就像你说的，就在一个现薪的问题上。因为刚才有球迷啊来问我这个问题，说谈谈没有奥斯卡以后的上涨怎么办啊？我的三哥都跟你说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办，因为这个是真的是难以想象的。嗯，能再买一个像他这样的买不到了，买不到了啊，时代的不同，买不到。切尔西这还可以给你卖吗？曼联这种买不到。世界上5000万欧以上的球员没几个啊。嗯、哦，稀缺产品。哎，没几，我弄到5000万一条老多啊。5000万以上的德转，你去翻一翻。谁那个小张在不在？你德转告诉大家，从最高的开始，现在剩下最高的是那个吧？是那个。是姆巴佩吧，应该是，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姆巴佩吧，身价最高，对吧？因为你身价还是跟年龄有关的，对，对不对？你买不到的呀，人家姆巴佩可能啊，对，姆巴佩嘛，对吧？你姆巴佩就从姆巴佩往下来，你一个个数，对吧？包括这 C 罗梅西身价也没那么高了，对吧？倒是，像可能阿扎尔还身价要年纪轻一点，阿扎尔身价也是还是年纪轻的。是吧？能够踢多很多年的这样的球员，而且他这个黄金年龄啊，年轻岁啊，真的是黄金年龄、啊，最成熟的时候，对吧？奥斯卡最成熟的时候。那你不上手，我告诉你就5000万欧元拿一道线，5000万欧以上的，我告诉你，你加起来十只手指头加十只脚趾头就数得出，不过20个啊。我是没看过、啊，就全世界那么多俱乐部啊，只有哪个你不到啊？哎呦，那是，对吧？你现在5000万卖，要挂牌5000万卖奥斯卡，卖不掉的。嗯，因为年龄也不同了啊。再说呢，当初买来6000万的也这里面的也有点溢价的，因为你是中国啊，中国联赛、啊、中国联赛，对不对？啊，卖到中国分分钟超过20万，对对对对，这个我也认可，对。卖到中国，中国俱乐部去买嘛，溢价50%，这个肯定要翻一倍，呀。范迪克，我觉得对中超的帮助不会太大，对不对？那你买范迪克干嘛呢？你就买了范迪克怎么样？就肯定不是走了，也不一定。这个中超还是买外援，还是要往买攻击线的球员啊。啊。德布劳内买不到，买不起，这真心买不起啊！买到侬个没用啊！要大家肯来，所以价格要。我呢说这一段呢，我是为回答刚才那个谁跟我提了这个问题，我看到的，他说你要我谈谈，就是说奥斯卡不在以后上岗怎么办？那就是凉拌。申花在行动，上岗怎么办？那凉拌的，没有什么老百分啊，没什么办法的啊，没有什么办法。啊，你像这个，还有谁啊？你帮上港出出主意吧，帮张董、陈董想想，还有什么可以买的人？博格巴这种是啊，有点胃病流入老保守型的啊，你这个比较难控制啊，也比较难控制，对不对？管不牢。回不了，我们还是说嘛，马内对吧？啊，马内还有像阿里对吧？这种他当然是好，当然是不错的，但是可能我们的埃及梅西能买吗？格里兹曼不可能，
还有几枚戏可以，还有几枚戏。那格里兹曼呢？格子来的话呢，是可以替代奥斯卡的，是吧？那是一个级别的，啊，格子还好一点的，马格子，要不格子还有得分能力。那么跟万达谈一把，啊，格子不可能，格子人家也不可能来中超，不可能。嗯，格里兹曼在上港体育在上海体育场跟上港踢过一场，啊，3-0嘛。哦、就是马竞和上港不是打个友谊赛、哦、对，马竞对是跟上港来过的呀，对马竞格里兹曼进球的呀、嗯、这个没办法踢的，人家这个水平方便直接拱啊，没办法，天方谷啊。埃里克森呢，他有可能的，要等他老老啊，要跟他老，至少来说的话，至少来说他啊，他至少来说他啊，他觉得就是至少来说要哈利凯恩和孙兴民提出来，这个比较不行了，那他基本上可以来做了，对不对？因为那两个比较年轻嘛，对吧？嗯，卡瓦尼可以，卡瓦尼当然可以，卡瓦尼这但是不是那种我们跟奥斯卡比啊？你们不要乱说什么马内了、卡瓦尼了，要同样位置啊、哎，就是说这个特点的，对吧？有这个特点的，有这个有这样的一个属性的呀，也就是像格里兹曼啊，对吧？像这个啊库里尼奥啊啊啊。嗯，布鸟、嗯、啊，阿扎尔啊，就是这个位置的啊，这个位置的左边前卫、嗯，好吧，我再说的清楚一点，也不要什么，把后腰啊什么的，皇马老球星嘛，就是那个啊，克罗地亚的那个，杰斯卡贝啊，克罗地亚的那个，太老了，算了，不去想他名字了。啊，莫德里奇啊，莫迪啊，莫迪倒也是可以的，那可以替代孔卡的作用，但替代不了奥斯卡，他已经太老了，对不对？年纪大了啊，伊斯科买不了，买不动，买不动。哎，我们球迷想了很多替代人物，好像都不没有办法能替代奥斯卡。佩里西奇呢？我觉得呢，我还是觉得奥斯卡比他好一点。那个人观点啊。名气他可能是他比较大一点，去巴西联赛。扎哈不要说扎哈，他不是这个位置的，就不要谈了，好不好？这样想下去没有底的。好了，我们到我们画个句号吧，我们不要了。这个能再扯自己扯过去，反正找到现在好像还没找到一个能够替代奥斯卡的。没有，对吧？国际足坛都很难找到，你找到的比他好的你买不起。对啊。要肯来跟他差不多的没有，没有啊，比他差很多的你买他干嘛？这个不要买啊，哎呀，买的人家肯来啊，这个都很纠结的一个事情，所以你我真的回答不了你这个问题。而且现在唯一最好的办法就是续约奥斯卡，对，我也是个、啊、不惜一切代价，不惜一切代价。球迷朋友们，大家从今天开始啊，大家都要多去看看奥斯卡，跟他多聊聊，见私人馆。哈姆斯克呢？啊，学学葡萄牙语 啊, 啊。那厄齐尔倒是可以的，厄齐尔可以动动脑筋的。对不对？他七二啊，所以但是他明显啊，首先体力他就跟奥斯卡没法比，嗯，那奥斯卡90分钟 B to B， 对不对？嗯、而且是半场体力，最多60分钟。然后这个，我觉得啊。就是说，我们当然希望上港能够啊成功续约奥斯卡，每年都能够保持这样一个啊高很强的竞争力，高就是、对冠军的竞争力，我们不是肯定夺冠，那、嗯、至少来说可以去争一争冠军，在夺冠行列里面 啊，在夺冠行列里面、嗯。但是呢，如果说以现有的，对吧？虽然说我们今年觉得、嗯、哦，上港很成熟啊，越来越有冠军相了什么的，你把奥斯卡抽掉，你这个话说得出来吧？哦，来，球迷会领导同志，你来说。我不是领导，我小头头，小头头、啊，没办法吹了，就是，对吧？我到可能这个进攻阵型就完全就不对了，这个要拆散了，这个武器的这个核心部件、嗯、都拆掉了。那现在的外援说白了，虽然我们看上去三加一啊，上港的三加一在国内配置是非常好、非常好的啊那可能也只有国安可以跟我们上港比，其他的三加一都不行，恒大也不行啊。对吧？恒大也不行，鲁能就没有三加一，对不对？鲁能少个欧亚外国安还可以，他的金门站买来以后是应该是可以，还可以可以跟上港匹敌的。但是呢，其实我们这个三加一啊，是
你们要搞清楚，以目前来看的话，是有个非常强的一个放在那边，就奥斯卡。哦，这是个强点。小熊和浩克稍微弱一点，都是一年不如一年。嗯、有点走下坡路，这个话我不该说，因为年纪大了。实事求是说，真的是这样。真心是一年不如。如果我就说能够维持这个状态，已经不错了，对吧？本身呢，就是说，本来来说的话呢，就是说，其实呢，埃尔克森他不应该是这个水准，还要更高。因为他年龄并不大，对对对，对不对？嗯，浩克是没办法。对吧？奥克今年冬训第一天就拉伤，嗯，那你还说什么？他已经带伤，就是年龄啊、就是年龄问题了。嗯、你们看他现在浩克在场上，已经失去了这个16年刚来的时候的、嗯、完全不能比的，但是人也不能差这三年嘛。对对对，对不对？你作为运动员是运动生，运动员这个三年不得了，啊、不得了！你30岁到33岁，这个不得了啊，不得了，对不对？那就算，但是呢，反过来说，就算浩克可能未来可能这个身体素质越来越差了，嗯，但是我还是很尊重他，尊敬他。浩克、啊、对吧？浩克的他对比赛的专注力、投入没有任何问题，对吧？这是我们的队长，对啊，是我们大家都爱戴的队长，对。那么浩克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呢，我还是在我们刚刚直播的时候。啊，去年刚开始有我们俩直播的时候，就是、我就提过这个事情。建业那个啊，我就提过，我就重点谈过浩克。我觉得上港啊，如果像申花一样是有温度的俱乐部的话，可以考虑把浩克留下来做一个教练。哦，让他去教教青训孩子、小孩子啊，因为他是一个很有感召力的一个球员，对，也是个非常一个情商高，对吧？啊，情商高啊。然后的话呢，而且呢，他的那套东西呢是独门功。嗯，在世界上啊是比较少见的。他这个类型独门武功啊，他这个自成一派啊，他这个类型的球员，就是靠一个人可以的吗？坦克啊，坦克。那么不排除呢，就是说，这个中国球员里呢，也会将来啊，小坦克小球员里面也会有那种身体很壮实，嗯，但是呢，不知道怎么样去运用自己的壮实身体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浩克呢可以交易吧？哦，对吧？就培养很多中国的小浩克。小绿巨人，啊，陈冰冰还坦克不是，陈冰冰还是比较灵巧多一点啊，陈冰冰灵巧多一点，啊，所以我们希望浩克呢，就是说，但是浩克呢，我看他呢，他可能退役以后啊，他还是会回巴西的，嗯，啊，他在那边，他还是很喜欢那个跟朋友在一起，朋友在一起，他是，你看他一回巴西，马上就请朋友一起吃饭呐、啊。一起玩沙滩排球啊，沙滩足球啊，什么，他都玩得很开心啊，还自己做了一个自己的品牌的一个。蔡慧康是不可能的，要么蔡慧康的儿子吧？啊，什么蔡慧康？他们说让蔡慧康也老了，对吧？蔡康是89的吧？对吧？嗯，对，八九90啊。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上港这批球员啊，要抓住青春的尾巴。嗯。真的要抓住青春的尾巴，趁现在还能拼一把，多争取点荣誉，真的有可能过个三五年，可能中国的球迷啊，看球 啊，不管是看中超也好，看五大联赛也好，有很多的球迷啊，其实并没有摆脱人迷，就是喜欢某个球员，对某个球员或者某一批球员，哦，很多，尤其是五大联赛的球迷，嗯啊，你可能。喜欢、啊、当初就像那个梅西阿萨隆隆那样、他喜欢阿森纳对不对啊、他不会是现在喜欢阿森纳的就是一场全胜夺冠那种啊他是什么时候喜欢阿森纳的、对吧这个你可能2000年包括喜欢切尔西的啊肯定不是现在喜欢切尔西的当年拿欧冠啊包括喜欢曼联的啊打赌我说是92班的时候九二啊，对吧？这个拿欧冠的、啊、逆转那个拜仁的那个同样的，在上港啊，对不对？当根宝一起退役的时候，嗯，对吧？我相信很多球迷啊会有点索然无味。哦，就是当年的那个，因为这个陪伴啊是非常长久的，非常长久，时间太长了，从零几年开始，对吧？中甲开始就陪伴了。根宝一起就是我们上港的九二班。嗯，一模一样的，对，没有一点点区别，对对对不对？
那么当这批球员包括当退役，当蔡慧康啊、李文军啊、全部退役啊、这个王胜超啊这批人退了以后，然后再上来，但当然我们陈冰冰啊，对吧？这就是三哥为什么说，就是说希望大家去，欢啊嗯、大家有空啊去看看我们 U19 的这个比赛 ，U19、U17、U15、U14，我们自己啊心里要调整过来，就是说要把自己的一些喜爱啊投入匀一点到。青年啊，我们的年轻的优秀的球员身上，啊、像小贾呀，啊，对吧？看看，啊，未来的希望嘛，对吧？那现在今年已经啊走了王振飞啊，走了个吴磊了，对不对？对啊，当然我们希望他，他们好像说夏季窗口有可能严俊林也要走，因为今天球探都来了嘛，球探都来。不过以今天严俊林的表现的话，我认为球探看不上。啊，不知道严俊林是故意的还是怎么样？啊，误导球探啊，不是他误导球探，你们不要找我。今天表现不是很好，严俊林今天表现不好、啊，两个失球他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呢，他就是说一直很冷的啊，就是也没什么不够兴奋是吗？球守门人啊，要有时候要有那个神经病，要嗨一点，就像王大雷一样啊，对对，该帮自己当继续啊，要有守门员是要自己要调整的。啊，嗯，没表现机会是那你沈亮有两个进球了，你还没表现机会吗？嗯你知道吗？就我因为严俊林前面几场是表现的特别好，尤其我们都说了，跟前几场下比，他改变了他以前的一些弱点，对不对？哦、以前这个突击这个看见俊林撩一脚，你现在再撩撩看，远射都根本没有用，对不对？还有他最大的毛病就是说他不愿意出击，哎，现在也好多了、啊，也好多了。但今天不行，又不出击了。嗯，有几个球明明两个球，到就是最后被江苏连着几个射门没踢进的、嗯，我都在看台上说了，我说这个球为什么严俊林不出击呢？出来一下就可以了，就把球的他跨了两步又缩回去了。哦，就是三个球跟前两场的高光表现相比，嗯、严俊林今天是稍微显得弱了一点啊。对啊，对对对，不是说他不好啊，大家严俊林的迷不要不开心啊，不是说他不好，就跟前两场相比稍微我们是状态有点客观分析啊，有点起，也不是说他好就好到天，对不对？严俊林今天是德赫亚也有低谷的时候，他基本上就是说江苏的射门打在门框范围里的，我大概我没记错的话，打在门框范围里的应该是有三个，也不知道四个，然后进了两个。哦，概率还是这个啊，这个就是说，就肯定是进攻转换率啊，对吧？嗯，对对对对，毕竟不是机器，对对对，这个是没错。我不是说了吗？甚至于我怀疑严俊林是故意的。啊，他不想去欧洲啊，他不想去吗？啊啊，或者说怎么说呢？这个可能我认为啊，这种事情都是经纪人在搞，哦，在起劲，他想中间赚差价 啊，这肯定是经纪人，肯定比球员自己要起劲的。如果像严俊林如果聪明一点的话，那个守门员去欧洲干嘛？真是搞不懂，为什么守门员要去欧洲啊？嗯，搞不好当做替补好了，完蛋了，踢不上啊、嗯，在上海头牌。到那边替补，在中国投牌好吧？啊，在中国对对对，马上好像又要去中国杯了，嗯，又看上了。小严好像一年全年无休的嘛，小严现在是中国的宝贝，守门员独挡一面，谁叫一起？我觉得应该多给王大雷点机会啊。王大雷身还可以啊，让伊多收收，小严嘛休息休息，替补对吧？嗯，曾诚让伊多踢踢，对吧？啊，这种。应该有经验的，啊，老将一号国门这个位置让出去就没了，啊，人家就不给你了，啊，两分就没了，一门就是一门，嗯，因为中国这种球队是很容，中国国家队是很容易出门将的，知道吧？弱队，啊、弱队出门将，啊，这样的，嗯，哎，他。可这么晚还有九千多个人啊！那哪里跑出来的？我操！今天礼拜六，嗯，今天礼拜六啊，我抽根烟啊。好，三哥休息，等一下跟我们聊聊那个，好吧？嗯，聊聊那个吴磊，你今天没好好聊过。那吴磊啊，吴磊刚才那个风景不是八组聊，三哥等一下也要发表一下你的意见啊。嗯，好、啊，这里有人说，可能有的人已经睡着了，直播忘记关了。啊，有很多的。啊，他们是睡在床上，就催眠曲啊，我们是给他催眠了，三
睡眠去啊，晚上太兴奋了睡不着，是吧？的给他催催眠，然后睡着了，那明天再回看是吧？啊，三哥抽根烟，大家不要那个。谁那有些球很正常，我是球迷，我也会这样啊。一场球看下来就是90分钟，就看几分钟不过瘾啊。如果是自己的主队大胜了的话，嗯、更不过瘾啊。不，你都不过你的，根本过你这个呀，对吧？肯定要聊聊。那亏亏伟方在隔壁，伟方别亏伟方，哎，阿拉当生活4-0，对吧？只剩留在隔壁，阿我呢在网高头在守左壁。啊，有啥评论？就是媒体发的啊，还有球迷朋友去看看啊。那么贴吧到申花贴吧再去看看，是不？搿人也吃力个呀，人也吃力个呀，对不啦？那要看看到后头也吃力了，懂我意思呢？眼睛一闭，听广播啊，就听上港球迷。因为我们这个一直播了，它有个功能，它可以后台播放。后台播放的啊，就是你不看，你开着，你只要下载了这个一直播，你进了这个上港球迷客栈，你放在后台，我一边微信聊天也可以听的，我一边看视频也可以听的。对吧？我眼睛一闭，困了床上，捂了鼻头洞里，耳机一戴，好听，对吧？这就是为什么德比以后啊、嗯，我们那天直播18000人最高啊，这18000人嘛，我说这个18000人怎么了？够你的，有个么子赢了嘛，够你的，有个么子输了嘛，够你的，我输了嘛，够你的，哎呀，输了嘛，这跑马场呀，上我天天哪能都讲哪能讲？那上港球迷到底哪能讲啊？为啥？搿场比赛哪能会得输？到底是李帅的问题，还是这个弗雷斯的问题，对吧？啊，到底还是这个巴卡军孙思林的问题，对吧？哦，搿心态，嗯，啊，早虐啊，可能就是有一个早虐。早虐倒谈不上，这主要呢是因为什么呢？啊，关键呢没有找不到人背锅，跟那场一样。到底是啥人的责任？因为你怪不了弗雷斯，这是他第一场。嗯，有1000个10000个理由，他可以推卸这个责任。我还不熟悉，不熟悉球队吧，或者我很多东西还没教给他们。你很难说，还没灌输给他说教练战术错误。嗯，你都不知道弗洛雷斯有什么战术，你怎么说他错误？都没看出来他的什么战术啊，对吧？那你不知道他的本事在哪里，对不对？那么是不是李帅要背锅？所以啊，那根本就只有母九鱼啊，啊，母九鱼，母号九鱼母小会啊，哦，母号九鱼母俱乐部啊，母小会一个一个母过来，对呀，啊，那么要开始母不卡军了。对吧？不加军嘛，他冲动啊！上当我可能那是。哎，侬觉得搿只处罚，阿拉上当搿只处罚，因为没讲了，好像是禁赛5场，孙思林是禁赛4场。你觉得这个处罚是轻了还是重了？因为按照去年的这个，就是阿兰啊，阿兰肘击刘一鸣这个动作，他应该是8场。嗯，侬觉得搿只处罚是轻了还是重了？我觉得还是比较合适的。哦，侬觉得？侬觉得80三股，侬搿为啥道理呢？我觉得是好像轻了点，不轻，也不重，不轻吗？嗯，合适，合适，为什么呢？因为那个阿兰是几场？8场呀，奥斯卡8场呀。阿兰是无球啊。哦，阿兰是无球状态，棒击你，当一到了欧洲去都太别了，有球跟无球。差了比较特别啊，有球无球这个判刑不一样的。不，我们那三个就是这样的啊，客观客观的啊，对不对？啊，侬不好打了仇恨来评价这件事情，哦，对不对？再说百家军也是根宝出身，嗯，对不对？侬个就是这个不能。奥斯卡这个在百家军肘击是有球状态下肘击，哦，对不对？阿兰是无球状态下肘击，跟新政委就不一样啊，都白。哦，搿倒是啊，搿倒是。百家俊呢是因为什么呢？为什么呢？照理来说，如果阿兰是八场的话，那百家俊是4场差不多。那他为什么又加了一场？加了一场呢，就是他因为他的身上的戾气啊，他不是，他这个是惯犯哦啊，这逼的内容吗？加你一场是加在你的性格缺点上哦啊，那所以我说5场还是比较合适的。而且当场裁判也是把他罚下去的，不是把孙思林罚下去啊？对，对吧？啊，那么孙思林4场你觉得呢？他下来棒一个手靠奥斯卡搿只动作啊，这个动作呢，我觉得呢，这个是无球。哦，啊，这个呢，我们实事求是说，这个无球，这个性质呢是比较恶劣的，但是呢，他呢比较轻的一下，啊，轻轻的啊，像秦升一样轻轻的，也没有造成什么很大的伤害，轻轻的压了你一下。所以呢，我觉得呢，百家俊的5场呢。合理。那孙思林呢？这个4场呢？有点啊，稍微有点重啊，稍微有点重。他无球哎，无球，这嘎轻啊，
啊，能就是本身裁判也没给他红牌，已经现场已经取消了，唰取消了，不能双标，对不对？但是关键问题是申花俱乐部自己发了呀，根本就扛呀，扛了，根本胡小慧的，那会得莫名其妙自家不自家，侬人啊没，侬人没去，阿拉对吧？奥斯卡啊，蒙人对吧？他就蒙人。阿拉是老板，没吃没吃不了，我不认可呀。因为啥子呢？侬裁判没讲伊错，裁判没错吧？我为啥要讲伊错了？啊，不是我俱乐部错啊？搿这个就是又是个他的什么？因为你是惯犯。哦，孙志林四零点赞啊！如果侬一点赞过了，一天要去搞搿种物事。帮那个苏大拇指啊，对吧？帕托帮帕托苏大拇指。哦，而且是。这个呢，就是惯犯罚你呢是罚你，你就是说你不好好踢球，你的注意力不在球上面。嗯啊，现在搞搞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嗯啊，现在罚的话有道理。但事实上呢，我认为呢，就是说白嘉勋呢就五场，那孙世林呢罚个两场差不多了啊，教育一下啊，教育这个是比较啊，因为当场也没来来来，同意三个观点的打个一，反对的打个二，好吧？啊，就同意这个白嘉勋五场的、合理的打个一，啊，那个孙世林应该罚两场的。打个二，好像同意的蛮多的。同意啊，我觉得大家还是理性啊，比较客观的啊，比较不是因为同城德比就要 不带着仇恨去分析这些问题，就客观将心比心，对不对啊？我们奥斯卡被罚八场的时候，我们也觉得不冤啊，对不对？嗯、对吧？第一个是有球，第二个又没罚，那裁判又没罚你，对对不对？那么你在孙世林这个情况下，你也要考虑到这一点。对对对。裁判、啊、白五孙三啊 ，F 上港什么白五孙三，差不多，但你跟我白五孙二也差不多，差不多，终身禁赛这是为什么？嘛，终身禁赛，我觉得情深一点，情深啊，情深道理了啊，情深倒是啊，情深的这动作啊，那人家这结果做得到，我所以觉得情深呢，那会得倒过个处罚啊，我还真是不老王后头背后头，啊也不是老王，那情深呢，他是倒王是没深。啊，导航是一个动作，侬真的老难判断。你到底是诚心啊，还是有意无意？阿拉因为了解伊拉情商。哦，惯犯。啊、你我实事求是说，柏嘉俊和孙世林都是性格上有一些缺陷啊，控制不了。但是呢，人不坏。哦，您还是蛮老实人。小柏呢，柏总呢，你冲他冲他上头、啊，他有一点呢，就是说控制不住，放荡可以说控制不住。孙世林呢是有点刚。精神的逼样呢是哇哇哇了，晓得吧？跟不一样的，侬晓得吧？哦哦，一个白总你是放荡啊，孙世林是刚啊啊，精神是哇了啊，不一样的、哦，一个是浪，一个是刚，一个是哇。我们申花俱乐部也不是刚的哇，为啥道理会坑到精神送他？刚好这个要哎，对吧？哇啊，就晓得这是个黄铜，要啥事？要啥事？要啥子？哎呦，那么阿拉要感谢这个吴晓辉了。如果谨慎，我跟评价一个浪，一个杠，一个娃，申花球迷同意啊，打个一。啊，申花球迷同意啊。上港球迷不要打啊，上港球迷不要打。申花球迷如果觉得三哥搿只评价对的，打只一，好吧？上港球迷不要打，这鸡什么这个不要打啊！啊，上港自家人。啊，哦，申花球迷来了，小小花是小姐姐啊！哦，申花球迷第一了啊！申花球迷有个，嗯嗯。啊，生活球迷得当着一啊，嗯，啊，建斌呢？李建斌呢？他这个性格呢，他是有缺陷啊，他有点控制不了。这个人倒是真的有点上头，因为一个神经控制不了，啊、上头的啊啊。李建斌呢，是不好叫踢的，我呢，他其实是不错的一个球员。哦，他真的是不错的一个球员啊。但是情绪还是控制啊，他小时候的时候都已经是显露出一些天赋的。嗯，啊。三哥，我就在想这个秦升啊，还好是把他卖给了大连。如果秦升不走的话，第一场是踢我们哎，那有可能我们外援这个腿就嘎哒被一组队他。韦西啊，也要有机会，也要有机会是不是？反正机会有呀。这个人我讲不清，早要出事体，就了今年拿过来。今年要出题，这趟是倒过了，还要出题啊？还要啥事体？去年跟阿拉跟大连踢，就是搿操劳来搞事体，嗯，是拖辰光，吵项目，今年还要出，哎呦，搿情深搿人是蛮狠的嘛，我觉得啊。这个呢，就是、反正呢，哪个球队呢，把他纳入麾下的话呢，这个球队的球迷呢也纠结，到底是，又不能说他不好，
还要把他头像挂在。但是呢，也很清楚呢，这个人是个、啊、是个定时炸弹，对对不对？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犯事、啊、嗯。所以没搞一样。我们不去说情深了，不去说情深。那情深主要是阿拉讲搿只对比搿只违规的事体，偷情的事体，对吧？所以呢，我们回来再说啊，就是说百家俊和孙世林的，我觉得呢这样呢也可以的啊，不用再去啊，再去，而且我们已经跟他踢过了，对不对？碰不到，他罚再多的话，对我们没好处，倒便宜了别人啊，对吧？啊，但是申花队啊，我就说他这样一搞的话，对他的成绩有很大影响。嗯，你看他明天人家做了个表，明天申花队可能就是就十几个、十八个人，这也是不给你好长了，这也是不给你好用了。啊，去国奥的国奥，主罚的主罚，对吧？没人了，这是蛮讨厌的。啊，一般来讲呢，他这个秦晨这个人呢，是人品是，一般来说，就像我们今天赢了苏宁，对不对？那人家苏宁球迷来，我们肯定是先要客气一点。哎呀，运道好，运道好，啊，运气运气，都不可能讲，因为胜利者啊，也要有胜利者的气度。不像个边上赢好之后捞只喇叭来喊，那样你们是老二，搿种就是啥，就素质老差的人在会得做问题，没读过啥书，伊勿是会得八国语言嘛？勿是叫秦教授嘛？哪能没读过书啊？勿对了，勿对了。啊，搿人是一个为人的素质啊，跟我们无雷比啊，哦，搿是一个体一个体的，一个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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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嗯，搿种人哪能会得拨伊踢中超了？搿种水平还去恒大踢过，申花踢过，现在到大连一方，搿种人哪能会得给他混在这个圈子里的？我就说啊，那么说说吴磊吧，好吧？好，我是今天早上四点钟，三哥看了吗？我醒过来的时候，他换下场了。你这个回看、那个我觉得呢，你本来想看个回看我看，你本来想看个最后一个二十分钟的，没想到他下去。现在呢，这个对吴磊来说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嗯，因为什么？都因为西班牙人呢，他阵容不整。哦，吴磊有充足的时间可以表现。嗯，那么今天呢，这个把他换下去 啊，我觉得呢，卢比呢有一点操之过急了，太早了啊、哦！然后呢，他想守了呀，他守也太早了，三十分钟了还有啊，这么早就开始守？当然了，我们上岗他妈的三分钟就开始守了，这个，那卢比还是算好的。其实两边的情况差不多，都是碰到了伤病问题，哦，然后阵容不整，他们那个。前锋也伤掉了，然后呢，区别呢在于呢，一个是大概下半场开始守，啊，另外一个呢就上半场是第三分钟就开始守啊，这个我觉得呢，就是说其实呢，西班牙人呢，你其实你要明白一个道理啊，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啊，对，我们下半场今天下半场也犯了这个错误，就没有攻出去，啊、他老是说你真的死守的话，你反而会丢掉你最大的特长，我觉得可能是怎么呢？就是说前两场我们不是也是这种战术嘛，就是给佩雷拉一个错觉，他认为守得住的。今天到最后十分钟，苏宁的后卫帕莱塔也压过半场了。哎呦，就我们说的太后面，因为人家感觉到了，第一个他还差一个球，第二个呢他感觉到了，你不敢攻出来，你不敢攻出来。啊，你不攻出来，你攻出来了，你后面人也上不来。啊，我可能老清爽。就是三条线有点脱节了，就是切进了后头，这几队就八十一人。指的就浩克、奥斯卡和李胜龙，后面人全集体不上了。浩克、奥斯卡还在招手叫他们上来一点，都上不来，上不来，体能也不太愿意上来。上来回不去了，哎，回不去，他知道的，他因为他一旦他不愿意去丢掉这个三分嘛，干脆就是说，哦，我就思想统一，我就搏击啊，思想统一，思想统一是很要紧的。啊，不要有的人想攻，有的人想啊，这个完了。就切个进去不少了后头，那谁个拿高头搞得进高啊？那我出辰光搁在外头啊？那我再打到边路去，搁边路搞起来噻，搞起来噻，弄这几个界外球是啥么子？这个整个球队的氛围呢，变成了这样的氛围，但是这个其实风险是很大的，风险很大。但是呢，后头是这个紧张啊，十分钟啊，嗯，只可以搁能那样做，三十分钟有点太高啊，三十分钟真的有点早。这种东西来走，那同样的这个今天的早上的这场球，卢比呢，他也是犯了这个错误，过早的换下，对吧？
因为毕尔巴鄂他的还是有一定的攻击力的。他们说这场比赛踢得很脏啊，有毕尔巴鄂这种犯规。毕尔巴鄂一直是这样的，对，很脏。你如果说这个话，说明你不太看西甲啊。就是毕尔巴鄂在他的主场永远是杀气腾腾的。那他不怕吃牌吗？那吃牌就是牌。哦，吃牌就是牌。就你来我的主场，我就是这种态度啊！我要活塞准备啊啊！我就动作大了啊，对吧？啊，毕尔巴鄂呢，他是所有的啊，我们说西班牙的这个整个的西班牙的这个球队里啊，毕尔巴鄂呢，他是所有的西甲的这个球队里面啊，最最靠北边的一支球队。哦，北方啊，然后呢，他又是一个海滨城市。哦，你会想起哪个球？嗯，你想起什么？你会想起哪个球队这样的特征？大连。啊。北方海滨城市大连，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大连球迷啊，我又把你们联系在一起了啊，对不起，对不起。所以呢，他就有这个特点啊，在自己的主场啊，哈雷雷，哈雷雷啊。但当然，毕尔巴鄂，毕尔巴鄂呢，你不能说他很脏很脏，但是呢，动作大，凶相呢是肯定是，他本来就是巴斯克那个、哦、啊，这个地区的强悍，啊、嗯。分离主义，巴斯克对抗、啊、巴斯克地区，我上次说过的，这可是正宗的恐怖分子大本营啊！哟，他闹独立跟加泰罗尼亚闹独立不一样，完全一个是文、啊、文的啊，一个是武的、啊、武的，一个文斗一个武斗啊啊！他是真家伙的，民的民风很彪悍的，嗯啊，哦这样子，所以了解这个毕尔巴鄂这个特性的话就可以知道、嗯、你也不这种球队也不要我们上港球迷看啊，而且他历史悠久哦啊，底蕴队有底蕴队啊，所以跟大连一方很像嘛，对吧？底蕴队啊，那大连方已经是另外一个队了，以前那个队已经没了，大连实德已经没了、啊、他这个是真正的延续下来的、啊、对吧？所以今天结果还可以，对吧？能够从毕尔巴鄂客场带回一分，哦，客场啊，本来就是说应该是、啊、本来倒是应该给卢比点赞，满意，对不对？嗯嗯、但是卢比呢，他过于保守的这个想法、嗯，而且本身呢，我们看了那么多场西班牙人，我们知道西班牙人这个球队是攻强守弱，哦，你只能以啊用自己的弱势啊去坚持三十分钟，我觉得就以自己的短处去打人家长处、啊，因为跟现在的上港不一样，现在的上港是守强攻弱一点。嗯，对吧、嗯、承认吧、嗯、那么你可以防守，嗯，那西班牙人他防守一抛五个球点，对吧？对吧？我那即便吴磊在，我也说这个话，防守是吧？在整个西甲球队里，他防守是很差的，而且西班牙人的右路啊，一直是被人家打爆的，每场比赛都这样的，已经连中国球迷都知道，西班牙人的右路是不行的，扛不住的。嗯，你如果这右路不往前打的话，你不压制对方的话，人家攻上来，你这个被人家有一些，而且他的整个的这个阵容里面，我今天说的深一点啊、嗯，有些球员啊，我觉得啊，就根本就是说，我认为啊，就可以换掉了。就啊，你就认为西班牙人有些球员不适合这个球，哎，就是说不是，哎，他没有到这个档次，能力啊，没有到这个档次。那么陈老板，尤其是我认为呢，就是说我这里提一个，就是说我认为呢，这个今天的场上队长啊，哈维洛佩斯啊，我认为他不行。哦、这队长不行，这种球员就可以，啊、他一直不太行，但他能做队长呢，是因为他在这个球队待的时间是太久太久了。哦，他是老球员啊，老球员。这个、所以他能当队长啊。嗯，啊，这里也有球迷在说。哦，资历老，一塌糊涂，是不是？一塌糊涂。嗯嗯，哦，托尼和嘛，我回过头来再说嘛，就是，这个对于吴磊来说啊。这个几场比赛其实是很非常好的机会，就是展示自己扬名立万的机会，对吧、嗯？客场打毕尔巴鄂，主场打赫塔菲，会碰到柴区越，对吧？哎呦，那个亚洲球王啊，现在轮不到他，是、现在是孙兴慜，日本球王柴区越。嗯，然后的话，接下来就是巴塞罗那德比、嗯。哦，在这个三场球里面，关注度很高。吴磊在任何一场进一个球，哎呦，都是相当带人气的。相当带，我觉得他上一场进了球，已经是一下子把这个人气炒上来了、啊。然后今天又一个助攻，又把这个谭吴磊的问题呢，三哥呢也没有那么迂腐，对不对？
我已经我没有任何的会去分析吴磊技术特点啊，或者说他哪个球处理的不对啊，或者哪个球处理的特别好，嗯，我不会说这样的话，因为吴磊现在已经转型了，变成偶像派了。哦，原来是实力派啊，现在是偶像派，承认不了一句话啊，就是就中国球迷的全民偶像了啊，他彻底转型了已经啊，现在已经变偶像了。反正到处都是吹他的，吴磊生姜。哎，我呢，我这里要提一句题外话啊，在三哥自己的群里啊，我们是有一个明文规定的啊，就是说呢，不允许把吴磊的名字啊打成口天吴。哦，那个是演艺界的明星啊，吴磊，因为的确是有那个人，而且呢，恒大球迷和申花球迷的很奇怪，因为他无所谓，哪个吴磊啊，打吴磊就直接，因为他很好打，把一家人家就吴磊打，因为拼一出来基本上都是那个吴磊、啊、但是我们在群里呢是有人提出来，后来我就形成这个不能打错啊，又不能打错，必须要打吴、啊、武则天的吴、啊、吴磊啊，我们上港球迷啊不干这个事情，虽然是个很小的细节，但是希望大家细节啊，细节也要注意表达，就是这个你这个是表达我们，当然你也可以说灿灿，三哥刚才那个像真的一样，那么否则当时不动不动。那不是，我要讲句，你那个吴是吴金贵的吴啊，对吧？是无所事事，一无是处那个吴啊，吴磊的吴就不一样了，那个吴。啊，一定要打对啊，不要打吴金贵那个吴啊，不只是吴磊的吴，不只是吴磊，对不对？我们的养自己养好这个习，养成这个好习惯，就是我们正确自己球队的球员名字都不要打错，哪怕你多花点时间把名字打对啊，检查一下，不要随手一打吴啊，那个吴啊，你或者你觉得这个金贵有本领，干脆你就多打一个字，你就五球王，对吧？这个呢，啊、在输入法里面呢，跳出来就是。或者简单一点，三哥，我们就打数字嘛，嗯，对吧？就打数字524嘛，简单一点啊。524，行，不是，对了，因为现在很多人都简单的272，对吧？374，桑切斯。因为我简单一点，就打个524。啊，也不要哪个无了，三个的两十，三个的是贴吧炮的多，所以呢，我一直很烦这个事情，在申花吧，他永远打不对这个两个字名字的，啊，永远就是啊，永远他故意的，他是故意的，知道吗？啊，伊省心啊。那我们这里面，这边真的话，伊没当，我刚刚讲，伊没当武大郎三个字已经老好了，也是吧？大家呢就是说这个，啊，那要一定要当对哦，五二四。这个呢不是吹毛求疵，这个呢我还希望就是养成这个习惯，不仅对吴磊，以后所有的啊，这个都是这样子。啊，三哥，我要插个题外话，就是，我那个礼拜四啊，就是到那个上港那个球场外场，不是有那个足球公园嘛？嗯，我就看到已经有球迷啊，穿了吴磊的这个西班牙人的球衣啊，背后印着吴磊24号、啊、已经在场上踢球了。今天天狼星有吗？天狼星没有，但是我那天是在场外，因为他们是球迷。今天蝙蝠看台有一个穿着黄色外套的。哦，这个我们也有。啊、我上次讲的，我礼拜三的时候，我们有个球迷，那个小胡嘛，胡思哲，他就穿的那件N98，那个不是N98，就是外套，黄色的外套。哎，我说，哎，你怎么穿啊？他进场以后是穿上港的，在外面走路，包括他头像都是西班牙人的，哈哈哈哈，这个蛮有趣的。我觉得呢、是可以这样子啊，因为呢、就是说，球迷文化呢，它本身呢有它的一些特点，对不对？那如果说我们穿着西班牙人的球衣去看上港的球，这个、我们都懂，我们都懂啊，你想表达什么都懂。但是呢，在这个好像在文化层面来说呢，因为毕竟不是啊，因为不是主队嘛，对不对？啊，还是应该穿上港，平时可以穿一下。所以呢，但是我也很难，因为大家都那么喜欢吴磊，对吧？包括 我也很难说你做的不对。对，上次包括去德比啊，我们去虹口也有一个，我看到电视转播里面也有个人穿件黄色的那个西班牙人的啊，这虹口可以啊啊，虹口可以啊，虹口可以客队区嘛。因为为什么、你客队区我穿件西班牙人的球衣，我一直在表达了我是吴磊始终、也就意味着我心是偏向往的啊，但是你却不能说我是倒钩、对对对。对不对？如果穿红球衣，他们会说的，你妈穿红球衣，你混到主队去来干嘛？啊，对不对？他是在客队区，你是客队区啊，客队区没问题，对不对、你如果穿红球衣，你跑到主队去，肯定人家会说的，你是在挑衅，对不对？那我穿西班牙的球衣，我到底主队去，你不能说我挑衅吧？我没球衣，我就这一套，姓满的。没，我觉得现在啊，就是说，特别今年开始啊，我觉得在红口啊，就是散客区的话。
你如果穿一件红色的，或者是穿一件、那个，而且你我完全有也没什么。我穿西班牙人这个主队球主场球衣的话，它也是红蓝白相间的，蓝白的哈。啊，是蓝白相间。客场的是红的，我穿蓝的，我站在你们蓝雪人中间。哎，怎么样？你说我是导播啊？你怎么说？啊，这个倒是哎，蛮有劲的，蛮有劲。而且他还真难说，因为你穿了吴磊球衣，要打你，拿过来打你，这个我告诉你犯众怒。因为好像现在中国国内啊，不仅是上港球迷喜欢吴磊、嗯，现在我说的那个点就是说全球的中国华人，嗯，在各地的都喜欢吴磊。关键是紫光阁喜欢吴磊，这个高度有点高。啊，你有种，团中央喜欢你有种跟紫光阁啊，团中央、央视对吧？这个都、啊、人民日报什么都喜欢吴磊、啊，这个就新华社。这个东西侬没办法了。生活巴黎向还应该洗老卵啊，还应该洗老卵。哎，侬洗老卵都洗老卵，我就看侬看，我侬会帮我走到背头。哟，那侬为啥道理啊？侬你这个是在挑战谁？哎呦，啊，侬不是嫉妒了？侬现在不是来挑战红皮，侬晓得吧？侬也搞错了。不是，因为已经不是上港球员了啊。刚刚那天侬来挑战红色证据，侬晓得吧？哎呦，侬敢吓人了？红色证据，搿是嫉妒了，是嫉妒了啊！现在是我包括搿趟是迭个叫啥，就是讲迭个中央媒体咯啥，侪来报道吴磊个事体，包括吴磊进球，中央台侪报。阿拉呢，我们呢现在在这里呢，我们在说球迷的话，对吧？说啊，穿着西班牙人球衣看上港队有点不合适，对吧？但只是有点不合适，我还是理解的。对对啊，你真的穿了，我也你点赞的，没问题，对不对？然后有些问题呢，我们自己呢私下里来说，对不对？内部啊，那么啊，但是呢，同样的，如果我们谈球迷文化，你申花球迷你也要明白，吴磊身披红皮你骂他，对吧？你有你的立场，嗯，啊，站在你的立场上，这个也没错，没错，对不对？嗯，人家现在红皮脱下来了，跟你已经不是德比仇人了，人家到西甲去了，你再骂他，你的球迷文化在哪里？啊，你又不是巴萨球迷，就是你骂他干嘛呢？对吧？那我就搞不懂了。你现在还有一辆车洗老路，我穿他就是不欢喜吴磊。你不喜欢他可以，你不能骂他了。嗯，对不对？已经有很多申花球迷，他已经说了，现在不骂了，不骂吴磊了啊、哦！黑转路，甚至于黑转粉都有。哟，黑转粉有 黑转粉都有，对不对？啊，估计就留上吴磊一帮脑残。搿帮子人我讲没得听，你得进六保的资格都没了。啊，六宝进不去。哎，六宝都进，六宝要排队。你不是冲动晓得吧？伊就是出个，伊个就是哪能讲法呢？就是脑子里缺点物事啊，就是所以。嗯。啊，六宝进不去，讨厌了嘛？哎，好了，没地方去了。啊，我就是、我们吴磊啊，不是为了讲吴磊，讲吴磊，是为了说申花，对不对？嗯，我还是说，作为这个偶像派明星，偶像派，对不对？偶像派足球明星啊。那么吴磊呢？其实呢？要趁热打铁，哦啊，趁热打铁，在这个夏季之前啊，嗯，就把这个啊中国足球名片搿张纸贴啊，就扣扣牢，哟啊，我吴磊要做中国足球的一张名片，他已经是一种啊名片了，就是讲让更多的西班牙人，嗯，西班牙的球迷 啊，不是说西班牙人队的球迷啊，是整个西班牙地区的球迷 啊，能够知道，哎，中国来了一个人，哦，啊、然后他呢是有实力可以的。啊，我们不说很强，对吧？这可以的。就是以后啊，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就习大大去参加这个中欧峰会，嗯，啊，中国和欧洲峰会，这时候见到西班牙的首相或者国王，就我都可以提起啊，我们有个球员在西甲踢球啊，然后人家呢会送一件吴磊的球衣给习大大啊，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哈哈哈哈哈。是啊，那最后在访问西班牙的辰光呢，西班牙呢再特意安排伊到巴塞罗那呢去看主场客场。哎呦！哎，要再去看上西班牙，哎呦，搿高度高了，搿老了，搿估计要真的像跟我讲，要重振了，要重振了。但是搿能介样子呢，我估计吴磊个单刀呢，顶勿起了，顶勿起了。不，心理压力太大，真的慌了，我操！那不要告诉吴磊啊，搿你哪能会得不晓得？搿是不是？搿是搿行程勿会曝光出来啊？要安保措施，勿告诉侬啊。啊嘛，搿倒是。那么西班牙看上球啊，不是？这个你会得公开行程啊？不要，阿拉不要闹，是啦，那搞成像金正恩搿能介好吧？一部火车人家要一部火车从北面开到南，不开到越南，再开回去啊？啊，相信我们习大大还是会啊会与民同乐啊，对吧？啊，哎，搿高度高了，
如果我安排伊，哎呦，搿而且搿我跟侬讲还有政治意义，因为搿是加泰罗尼亚地区。如果西班牙首相把齐达德安排到加泰罗尼亚，然后去看巴塞罗那的一场皇家西班牙人的比赛，搿政治意义要大于足球的啊。这个不要听高翔的啊。啊，来来来，三哥，我们永远不干涉别国的内政。哦。哎，侬搿句话啊，搿真是搿句话老重要啊。嗯，就是中国的这个对外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啊，不能干涉，不干涉内政，我们不双标啊，我不干涉你，你也不能干涉我西藏问题，对吧？什么是任何问题？台湾问题，对吧？那对对对，所以好，我们就是只看球啊，只谈足球，不谈别的啊啊，对吧？所以期待的就是去看场球啊，我等看得完，三个及时。纠正了翔哥的一个错误观点啊，这个路线错误、啊。感谢，这个是倒是的，这个不能乱搞 啊, 这啊。人家家务事，人家家务事啊，对吧？让他去，我是来看球的啊，我来看吴磊的。对 啊, 啊，我明年去西班牙，我就是去看吴磊的啊。你们这个乱七八糟事跟我没关系。你们之间搞来搞去嘛，母来母去，干了不得干啊，阿拉就看吴磊。嗯，对。到那里吃点那个西班牙海鲜饭，巴塞罗那海鲜饭没有球，嗯，12欧一份。啊，三哥去不去西班牙？有机会也要。今年会去。哟，三哥今年要去。本来是我们这个组团，我们公司会是本来。哦，有安排。安排我了，安排我是6月3号去毕尔巴鄂，然后的话哦，我后来一查没比赛，嗯，就算了。6月3号已经休战了。啊、下休了啊，那就算了。我后来就推掉了。推掉了。如果早一个月肯定要去了。嗯。西班牙我会我会我有机会的，会有机会去的。我们公司里会有下一赛季，下赛季啊，反正呢，三哥也没在单位里呢，也没什么太大的成就。但是一年呢，就是说我们公司安排出国什么的，正好是我管这个事情。哦，你自己给自己安排啊？可以，可以。哎，你这个职位蛮好啊。可以啊，吴磊到阿里，侬就跟到阿里；吴磊到法国，侬就跟到法国；吴磊到西班牙，侬就跟到。境外的会议，这个哦、就是哪几个是要去的，是我决定。有，你这个可以啊，自己给自己开着门，开着门、哎、啊，这个不能给你老板看到，就是、老板不能看啊你老板不看球的是吧？好，结束就是阿毛都讲，没叫人家豁逼了啊，岂不成功啊？现在巴塞罗那。都是吴磊的广告，已经成为城市名片了。这个好像啊，在巴塞罗那地区的话，倒是可以。但是我相信啊，很快有很多广告嘛，也很快会普及到这个整个。现在基本上，西班牙好像华人也蛮多的啊。西班牙华人是不少。因为关键问题是什么？其实他们呢，不是说，其实更加多的是一个商业效应，商业效应哦，商业啊。我相信很多西甲的一些球队。啊，尤其是宣传西甲联赛、啊，尤其是一些可能巴萨、皇马、马竞，他可能觉得不太，因为他也不需要、啊、球星本来蛮多了，无所谓，就是中下游的这种球队啊，就是中下游球队，他一看西班牙这个是个很好的示范，哦、你想，哎，我操，你买个吴磊，妈赚那么没多少钱呐、啊，赚那么多钱，球衣九码啊，九码嘞，那么我想我要不然我也去啊，所以今天来看了，要不然买一个临床衣，哎，他们说谢鹏飞去西班牙了。谢鹏飞倒是可以，也可以去一下。不，他们说刚刚有个球迷说谢鹏飞去西班牙了，真的假的？是吗？因为今天球探来看来，啊、谢鹏飞要去西班牙。谢鹏飞倒是这场高光倒是对他帮助很大的。球探都看了啊，球探都看了。嗯，啊，顾超好像机会不大了。啊，顾超啥？本来顾超去西班牙的，啊、本来想跟吴磊碰头的，啊顾超。今天这样这不挺好吗？严俊林不走了，谢鹏飞走了，这不挺好吗？对吧？啊，侬自家水平高了，侬讲讲我。不是，我为中国足球效力，对吧？啊，啊谢鹏飞他也年轻嘛，对不对？啊，这个啊，谢鹏飞哦，西班牙搿几只球探明天会不会去虹口啊？去的呀，去的不了啊？啊，就是去看曹云定、百家俊哦，百家俊没了，去看曹云定的埃迪。还有李云秋，哦，还可以看，还可以看谁啊？立鹏啊，年纪大。嗯，那么国奥又不在，那么就是去看重振的。重振的啊，不是。啊，明天我觉得啊，
因为他孙世林停赛、因为他们只有十五个人了，他们现在很明确只有十五个人。他应该明天会上徐浩洋吧？徐浩洋去国了。徐浩洋去国了吗？对 对，没有，胡说八道。他前两天他老爸跟我说了，去意大利打那个国青了。哦，国青啊、哦，国青国青啊，国青了。徐磊呢？他缺后腰啊，现在。徐磊是预备队，没有进，没有报上那个一线队。一线队。啊，然后徐悦是和鹏鹏是，那个徐悦鹏鹏是去申鑫了。我那我倒蛮可惜的，这个应该是徐。那百家姓名上苏世豪呢？苏世豪有没进名单？也没进名单。没有，可能也是预备队吧。哎呦，他没人了，明天。明天他们不是申花球迷说了吗？一共就十八个人，就这点人了。报名怎么会十八个人呢？不是，去掉国奥的，去掉那个竞赛的。剩下来能用的，就有些是不能用的人。重振吕品，啊，他不是有张图吗？重振吕品，他不是、哦、没人了呀？这所以这个后头是踢足了。张路，无路，无路可退。所以没人用了，这样要么就是老家伙。视频不来塞的，我张图还行不着了。李云秋可以啊。啊。孙凯对，有道理，孙凯可以啊，孙凯。孙凯可以啊。孙凯。今天晚上会所兜一圈，明天就可以上了，对吧？孙大侠可以。张一林，张一林已经上了。张一林已经被他们划入到那个不能上的那个名单里面去了，落江湖里下去了已经。啊，孙凯可以，孙凯可以。啊，还有那个他那个。不是，我们非要谈申花吗？啊，不是，你不是说明天球探要去申花主场吗、啊？这个话题还是我引起的，不，也可能去看华夏，华夏有几个好球员。华夏这都年纪太大了。啊，徐天元，好的都卖掉了，年轻的都卖掉了。徐天元。啊，徐天元。嗯。哦，反正伊拉上海来了，陈大斌明早去看上那个申花队，啊，有道理啊，有估计会得去。会，因为球探主要工作就是找球员嘛，对吧？考察奥斯卡啊？不会吧？那要看哪个球队了。我告诉你，这种西甲降级队，奥斯卡是肯定不去的。哎，那至少是排名，排名五大联赛前几名的吧？那肯定是要有欧战资格。欧战资格啊啊！要不然他去的话有点啊，三哥放松一下啊啊！要不然去的话有点。塞维利亚、赫塔菲啊。赫塔菲不行，我觉得还是。他现在第五名啊。哦，赫塔菲现在那么好。第五名啊，第五啊，第六啊，你们看一下。那赫塔菲才学院那么好啊？赫塔菲是今年很好的。啊、哦，瓦伦西亚，瓦伦西亚以上的马竞啊，那也不一定，说不定。下一场打赫塔菲是主场、啊。可以去大巴黎嘛？大巴黎现在缺人呢。奥斯卡去大巴黎啊？啊，哎，好像可以。对啊，好像可以。大巴黎刚刚欧战失败了，我觉得。不过他那个，要么这样子好吧、啊，要么奥斯卡换迪玛利亚吧，迪玛利亚还能踢。哎，我们可以交换啊，这样不用交调节费啊，对吧？如果奥斯卡真的想走，我们就跟欧洲某个队来一个球员交换啊，对吧？迪玛利亚，我看他竞技状态好的时候也还可以。迪玛利亚啊、哦，跟换一下，跟那个欧洲那个球队换一换。哎，这个我觉得球员交换倒是一个办法，啊，我上岗哪怕再贴个2000万好了，贴个2000万欧元好了。为什么奥斯卡交换迪玛利亚还要提前？因为他合同快到期了。他那个老了呀。啊，年纪大了。那你就不要贴钱就是。啊，不贴钱。以新换旧。嗯。啊。那换啊，有的这里有个球迷说换迪玛利亚亏了。亏了是亏了。亏了啊。亏了。换内马尔贴2000万差不多，啊这个，换内马尔，看到吴晓辉压力又大了，又要买了。吴晓辉压力怎么了？他妈得了，那内马尔来了的呀。本来申花就踢不过上港，侬再来个内马尔，申花哪能呀？本来0-4，你要0-8嘞，是踢多嘞，差五嘞，跑掉。好的，吴晓辉压力大了啊！这吴妈不行了，要跟在后面买菜了，怎么办？
你妈的，你买那边，我看了要买梅西了。哎，梅西嘛的，啊，叫张玉良屁屌子梅西骑马的。梅西刚才他吴磊了，还我不来，我要帮吴磊踢球去。哦，我要跟吴磊一起。我要证明自己才是加特林亚球王。根本可能马 C 罗吧，马 C 罗吧，啊 ，C 罗可以吧，马 C 罗，嗯 ，C 罗倒是啊。已经有球迷讲了，吴磊吴妈要去谈 C 罗了，倒是有可能的。因为意大利酒店嘛，以马他可是 C 罗倒是可以来稳稳啊 ，C 罗倒生活稳稳对吧？啊，然后稳两年，对对对，至少呢，德比不要大家互相水平差了太远，对吧？对，本来是两只，现在是本来是四只，现在是两只，啊 ，C 罗嘛前头进一只，对吧？好了，申花队就不嘲讽他了，那个我们还是、讲讲我们自己啊，说说对魏山的那一场啊，嗯，哎呦，这场比赛我整个。因为下个礼拜我就要飞魏山了，我现在心情啊，心里还是有点。这场比赛有点烦啊。因为魏山现在的魏山呢，它主要呢还是以。没电了。这场比赛呢，它还是主要是这个魏山现在呢，它现在呢这个以体力和拼抢见长。所以。他们哎，魏山现在有没有什么好的外援啊？有啊，有啊。哎呦，搿是几多了？一个喜峰嘛，叫啥？哦，名字我忘记了。大家知道吧？魏山现在知道了，我是想不起来。一个前锋叫什么？尤雷。他说魏山要明天比赛，伊拉讲魏山明朝比赛，比阿拉少休息一天。是吧？啊。搿是有利条件啊。K 联赛以牙无所谓吧。K 联赛的竞争没有我们这边这么激烈。这而且他们没有这种，到最后还打个什么附加赛什么的，不像我们。双循环。就是他们联赛即使打得不好，后面还有机会能够补上来。对。对吧？哦，我看看魏山有什么人啊？魏山。前锋有啥好了？前锋在韩国人嘛，有巴西的那帮没啥花头。前锋侪是韩国人。中场，有这个感觉。中场啥人？不，中场侪韩国人。那么就是巴西人呀，就是个内钢的吧？内钢呀，32岁了。还没进过球，帽子没脱，是吧？就是不像阿拉外援出条，啊，人家就是讲纯粹是练韩国人啊。哦，有后卫有个武磊，后卫有武磊，伊拉好像没几个外援嘛，就两个外援。反正搿场比赛不好踢了，我当可以踢西尼，我觉着伊踢平了呀，踢平了。但是我侬搿场比赛看了？看。哦，那可以的，还有个美国人，双前锋。没看到有美国人，没有美国人。有美国人是中场，那这场叫迪斯克鲁德。反正这场比赛呢，保平就是赢。伊拉主教练调他了嘛？去年不是金杜勋啊？去年不是金杜勋，叫黄什么？黄什么赛？黄善红。黄善红，伊拉主教练调他了。魏山现在。而且伊拉有主场，可是我觉着老不好踢的。去年我们去魏山的话也是很惊险的，靠阿尔克森的一脚，1-0小胜。搿场比赛人家踢了老艰苦。这比赛呢？啊。总归觉着有眼问题了，就是讲，因为呢，我希望呢，就是，至少来说王申超可以复出吧。王申超没那么快吧？没那么快，不知道他的伤是到底是伤在哪里。好像你刚刚说就是说队医让他休一休是吧？就不让他上，让他缓一缓，下一场再上。即使带伤出战，我觉得对球队也不利。石科嘛是8厘米，拉伤8厘米啊？是这个贺冠是2厘米对吧？贺冠稍微好点。石科老蔡呢？老蔡几公分？先上，老蔡不知道有蔡慧康的消息吗？是伤在哪里？有没有蔡慧康受伤的消息？大家有没有能够蔡慧康这个提示一下？也太重要了。
蔡伟康拉伤几厘米？大家看一下。啊，不晓得，侬还讲乌鸦嘴啊？没人拉伤了呢。那我可以摸了个耳大腿啊。啊，没拉伤。小伤对吧？啊。啊，说是小伤啊。啊，没事体，没事体。啊，被连踢三脚，哦、真的。老差被连踢三脚，不是说抽筋。抽筋啊？啊，抽筋，抽筋。哦，抽筋了是吧？啊，没事体，没事体。就是体能跟不上，体能跟不上。以我去辰光，这几分钟啊，已经抽筋。没没没，六七十分钟，六十几分钟，七八十分钟，七十几分钟，就是伊拉进好两只以后。简单点说，啊，对龟山的这一场，啊，大家呢期待值不要太高，对吧？啊，包括远征军，对吧？啊，能带分回来，啊我争取帮大家捞一分回来，好吧？亚冠小组赛呢，主场赢，客场平，铁定第一名。哦，对对对，弄客场只要当平。阿拉我记得前两年是客场打澳大利亚才输啊，阿拉还是第一名嘛。对 对, 对，就客场如果能再平了，搿也可以了。嗯，对吧？主场捞分，只要靠主场，我觉着，对吧？现在主场拿9分，也出线了，差不多再拿1分，10分出线了。嗯，就是希望呢，就是说，主要还是在时和而人，对吧？这才是我们的主力中卫，时刻客观。就希望呢，就是他们呢，一般来说呢，按照常规来说的话呢，一个赛季呢，很少会拉伤两次的，啊，嗯，因为他、哦、已经拉过一次啊，这次拉过以后呢，希望呢，他们能健健康康的一直踢到结，就这个肌肉拉伸过了，不会再、那个、啊啊健健康康的，已经拉长过了，拉长过了，因为联赛还是比较漫长的，嗯。对吧，那么幸好的是有个间歇期、然后的话呢，因为呢、就是说我们已经很清楚了上港对这个主力阵容啊，时刻八厘米，时刻是他自己说的，他说呢他会跟贺冠一起复出，嗯，因为一个受伤的早嘛，嗯，时刻早受伤一场嘛，对不对？那么他然后我们相信充电宝的实力嘛，啊，那个现在全靠充电宝在充，快点今天夜到车都在吃好。于豪上，你是说给我听的对吧？今天这个局面了，于豪也没有上。哦，啊，于豪看来是真的是，嗯，啊，所以我估计今天晚上充电宝一直吃，往深超吃好，对吧？贺冠吃好，啊，老差吃好，啊。时刻吃好，充电宝你不吃上去，充，快快充充电。你好，我们是啊，我是中国人。充电宝，哎，我们不是有个冰疗吗？那个有用啊，那个机器。一个么子治疗？液氮啊，放松的。一个是啊，放松的啊，恢复的，不是治疗、啊。上次好像听那个小刘说，那个充电宝还会中医啊，嗯、什么针灸推拿了这种东西，嗯、蛮厉害的啊，啊。希望能够他们能够早日归队吧，早日归队。然后我们训练当中也要加强这个管理，也不能太紧张，对吧？上去就拉伤，这个确实对我们好。今天时代的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哎，大家还有什么问题问一问？啊、我们因为直播了也快4个小时了，4个小时啊，对吧？基本上都是一期的啊。但是今天啊，到现在我觉得蛮好，有9000多个球迷一直陪伴着我们。嗯、对对对，是的啊。所以大家看看哦，有人刚刚问了，就是说。哦，为什么朱嘉义也不能进一队？朱嘉义因为也是个很好的中卫嘛。嗯，你来这个来回答一下这个网友的问题。我觉得呢，可能呢，我对朱嘉义呢，俱乐部呢还是可能会希望呢，他呢还是到这个国外联赛啊，能够去锻炼一下。但是他也没去。对啊，也不知道这个情况是到底是怎么样。啊、嗯，要佩雷拉只看上了黄振飞。嗯。就他们9900里面只看中了王正飞啊，其他都没看上。我呢，因为去年呢也没有再跟这个U19了，所以不谈不上轰嘛，就没有转播他们的比赛了 啊，转播没有做解说了啊。所以呢，还是希望大家呢就关注这个夏特宝宝的微博啊，就是那个他们这个叫什么，现在叫上港青训观察。青训观察啊，上港青训观察员，观察员啊，上港青训观察吧，好像就是这样啊。对对对，宝宝在不在？你把这个打。宝宝在吗？宝宝在的话，把你们那个微博名字打一下。或者有人知道的，他们会有谁知道他们那个？宝宝跟我记得是上港青训观察。我记得是上港青训观察。关注一下，然后呢，可以到下面呢去向这个宝宝他们提提问题。哦啊，反正呢，虽然宝宝现在
小刘在追求他，对吧？可能没什么空。那翟阿姨还在的，对吧？翟阿姨还小，别听他啊，雷声大雨点小啊。小刘对吧？啊，没火的，没火的，没火的啊。啊，雷声大雨点小，好吧。啊，张伟肯定上的，那拧了一个，张伟肯定上的，杨思源可以踢后腰。啊，可以踢，但是从今天的他上场表现来说的话，不好。杨思源今天上去，你觉得不好啊？不好的。张一呢？杨思源是不是二十号？杨思源，看一下，杨思源的号码我倒有点忘了。啊，对的，对吧？今天几个替补里面，我对最不满意的就是这二十号。杨思源、嗯，那么张一呢？张一他。我觉得，哎呀，我对张一是一直是不太看好的，是吧？嗯，你觉得他今天一上场就有脚传球啊，给那个李胜龙的，嗯，差一点造成一个威胁。这个我觉得，张一去年还进，但是我们进了球，还请我们球迷喝奶茶啊，对，对吧？这个我们要记住的啊。我们呢也不用用五分钟十分钟的来去概括一个 来概括一个球员。我对三哥本人的对张一和于豪呢，是我最不看好的两位啊。张一、于豪啊、我觉得呢，太多。于豪呢，是因为呢，他是先天条件已经没办法了，太单薄啊。然后中后卫不可以用这样的身材，一撞就撞开了。于豪要，当然于豪可以有发展，但是要换位置。有。啊、哦，你觉得不应该踢中后卫啊？就没办法了，中后卫他实在是不行，没有这样身材的中后卫的，对吧？你又不是技术特别好，对不对？这是于豪来说。那么张一呢？我觉得呢，已经给过太多次这个机会，就一直在用他。一个张一，一个张华成，对不对？一直在用啊，而且张一得到的机会还比张华成还更加宝贵一些。嗯啊，但呢，他也没有表现出这个啊特别好的这个发展的趋势，所以呢，其他呢，杨思源呢，我只是说今天他表现不太好，但是幺三的时候啊，不排除他今后啊，他在今后的表现会好一点，啊，反正这种九三九四的，我觉得还是给他一点机会啊。至少来说的话，你看啊，比如说反复的交学费，终有一天可能可以成熟。对吧？就是说林创意他明显现在对吧？今天刚刚有球迷说了，林神已经踢出来了啊，对啊，已经这个心理过关了，心理过关了。而张一啊，张华成他们的心理还没有过关，哦啊，没有过关，所以说呢，毕竟还嫩一点，还嫩一点啊，因为现在是没办法，实在是板凳太短，所以呢，没拧了啊，然后呢。对吧？那只好找好上，找好用啊。今天新闻发布会，佩雷拉也说了，我们不能犯去年的错误，我们要充分的信任我们的球员，就是刚要给他们更多的机会，就不像去年是使用主力，今年他说了要给更多的机会给这些替补，可能是他的一个思路啊，也有转变，跟去年不一样，他会更多的让这些年轻球员上场，哪怕成绩上付出一点代价，他也愿意。其实我觉得陈冰冰不要想了，陈冰冰不要想，不管他受伤也好，恢复也好，肯定主力，他不能上场，啊，你能上场，你为什么不去搏？那不是大事吗？他上一场上踢过了呀？没有啊，踢申花，陈冰冰什么时候是踢过？也没踢过，没踢过啊，不可能的呀，啊，不可能，不能上，好好养，他能上就能去国二了。对啊，国奥这个不是友谊赛啊，这个是，如果陈冰冰可以踢，你不去国奥的话，那个奥运会外围赛，那全国球迷对不对？我们这个龙之队球迷第一个跳出来要骂了，这个背锅了，这个背锅了。陈冰冰是肯定不能上了，陈冰冰不上不了。今年到现在到零首发零进球，胡靖航在国，胡靖航去了，我们有四个嘛，李生源、胡靖航、雷文杰，还有陈威，对吧？我们去了四个啊，所以我们联赛不用上 U 二三了，对，是的，就是因为他们四个去了，啊，去国奥了啊，我们已经有四个了啊，还有些嘛，就是该去云南通的去南通了，该去昆山的去昆山了，对对对，还有些嘛，该去浏阳的要去准备要浏阳了，反正都安排好了。还有一些卖掉的，我就不知道贾天子是什么情况。贾天子留队啊，
预备队，预备队的啊，他有预备队名单里有吗？应该有吧，我没看到他嘛，好像反正是预备队肯定有的，要不然他你只是自己猜嘛。我预备队名单我看，我没看到贾天赐啊。那他去干嘛呢？那他去干嘛了？没了，解约了，卖不掉。他也踢了那个一二三联赛的嘛？也还不错。没人要，展销会卖不掉。他一二三联赛的表现没人要吗？一二三联赛，我觉得他踢得非常好啊。对啊，啊、嗯，这个中场很，至少踢个中乙中甲没问题啊、嗯。要么上汽买过去，今天上汽，今天下午不是下午足协杯啊？杯哎，这足协杯大家看了吧、啊？三个看了吧？我没看，我们有球迷去现场看了，现场看了，好像输了。输掉了对吧？啊，输给延边北国吧，好像是。对对对，啊、对吧？那延边也正常，也正常。那个中，我觉得这个上汽说是说上汽队，其实他也不是那种大投入的那种，就是业余玩玩的。对，就是企业队、厂队、厂队，就工厂里自家搞这业余队，他不是那种职业球俱乐部，啊、对吧？对，他也不想要冲乙，他冲乙的话投入大了，啊。那好吧，今天我们也转播了四个小时了啊。对啊，大家还是这样啊，就是说下载一下那个一直播 APP， 然后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平台，上港球迷客栈，啊，我们每次比赛结束以后都会给大家进行直播，好吧，关注一下我们这个，然后呢，就是我们每次直播它会提示你的，对吧？提示你的。我们今天三哥也说了，我们有60个女球迷，三哥60个球迷会安排他们逐一上节目。所以如果你想看看啊，关注他们的话，那就请你，你如果说是、啊、关注我们的节目，你如果说是球迷成员或者说是散客里的始终的话啊，你可以在贴吧上啊 啊, 啊关注一下哈来来的三哥，哈来来的三哥，然后我们私信来交流 啊, 啊私信来交流啊，你们是不是有这个意愿来、啊、来加入这个群、啊、来跟 啊, 啊聊聊认识一下聊这些可爱的女我们的上港女球迷，对对，好不好？好啊，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就差不多了，也2点多钟了，2点多钟、啊啊、还有9000个球迷陪伴我们 啊, 大家谢谢大家啊，大家辛苦了、啊、我们那个这样三哥啊、嗯、下一场是蔚山嘛、嗯、我要去现场助威的、啊、好，我争取啊、嗯、在韩国跟你连个线、啊、是这个成本太高了，算了你没事去搞一个那个的，不用啊，我宾馆里面有 WiFi 啊，宾馆里面有 WiFi 啊，我们争取，因为现在啦，我跟你说我们这个节目啊有点人家就是说这个节目欲罢不能，对吧？对，然后呢，就是说，因为我们做的节目上港都赢了，或者就是说没输过，嗯，对，所以呢，这个责任现在很大，这个责任也很大，就是说，你如果这个节目如果不做的话呢，到时候人家那石头要挂侬了呢，谁挂哪两家都不出节目，好吧，好，争取啊，我在蔚山，为了上港的胜利，我在蔚山宾馆里面跟大家三哥到时候连个线，嗯，好的，好吧，嗯、三哥在电视机前也帮我们加加油。我在现场呢，尽量，就是100%、200%的这个战斗力，一个顶俩，啊，因为今天这次去的可能也不多，上场球迷也不多，我们争取一个顶俩，把这场分数1分3分，哪怕也好，1分也好打回来，好吧，啊，就给大家这个争取带分回来，就大家满意了，对吧？好吧，我们再玄学一下啊，我这条也不行了啊，玄学一下。去到蔚山结束啊，能够呢争取那个氛围来啊。好，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好就到此，就到此，好吧，好，我们跟大家说拜拜，拜拜，大家打个招呼 啊, 啊，好，谢谢大家，拜拜拜拜啊，下周三见啊，下周三见，嗯，拜拜拜，啊，我们关了，嗯，关了。